《水浒传》第五篇，作者施耐庵，第八十一回：燕青月夜遇到君，戴宗定计除乐和。话说梁山坡好汉水战三败高俅，尽被秦捉上山。宋公明不肯杀害，尽数放海。高太尉许多人马回京，就带萧让、乐和前往京师，听候招安。这一事却留下参谋文焕章在梁山坡里。 那高俅在梁山坡时，亲口说道：“我回到朝廷，亲引萧让等面见天子，便当力奏保举，火速差人前来招安。”因此上就叫乐和为伴，与萧让一同去了，不在话下。且说梁山坡众头目商议，宋江道：“我看高俅此去，未知真实。”吴用笑道：“我观此人生得风目蛇形。” 是个转面忘恩之人，他折了许多军马，费了朝廷许多钱粮，回到京师必然推病不出。朦胧奏过天子，全将军士歇息。萧让、乐呵软间在府里，若要等招安，空劳神力。宋江道：“似此怎生奈何？招安有可，又且献了二人。”吴用道：“哥哥再选两个乖觉的人。” 多将金宝前去京师探听消息，就行钻此关节，把钟情达至金上，令高太尉藏匿不得。此为上计。燕青便起身说：“旧年闹了东京，是小弟去李师师家入监，不想这一场大闹，他家已自猜了八分，只有一件，他却是天子心爱的人，官家那里疑他，他自必然奏说。” 梁山坡知得陛下在此私行，故来惊吓，已是遮过了。如今小弟多把些金珠去那里入监，枕头上关节最快，小弟可长可短，见机而坐宋江道：“贤弟此去须担干系。”戴宗便道：“小弟帮他去走一遭。”神机军师朱武道：“兄长昔日打化州时，常与素太尉有恩。” 此人是个好心的人，若得本官于天子前早晚提奏，亦是顺势。宋江想起九天玄女之言，欲诉重重喜，莫非正应着此人身上？便请文参谋来堂上同坐。宋江道：“相公曾任的太尉素元景吗？”文焕章道：“他是在下同窗朋友，如今和圣上寸步不离。” 此人即是仁慈宽厚，待人接物一团和气。宋江道：“实不瞒相公说，我等移高太尉回京，必然不奏招安一节。素太尉早日在化州降乡，曾与宋江有一面之识，今要使人去他那里打个关节，求他天力，早晚于天子处提奏，共成此事。”文参谋答道：“将军既然如此。” 在下当修尺书奉去。宋江大喜，随即叫之别来，一面焚起好香，取出玄女客，望空祈祷，补得个上上大吉之兆。随即置酒与戴宗、燕青送行，收拾金珠细软之物两大笼子，书信随身藏了，仍带了开封府印作公文，两个伴作工人辞了头领下山，渡过金沙滩。 往东京进发，戴宗拖着雨伞，背着个包裹；燕青把水火棍挑着笼子，拽扎起皂衫，腰系着缠带，脚下都是腿绷护膝，八达麻鞋。于路免不得饥餐渴饮，夜住小行，不则一日来到东京，不由顺路入城，却转过万寿门来，两个到的城门边，把门军当住。 燕青放下笼子，打着香坛说道：“你做什么？”当我，君汉道：“殿帅府有君旨，梁山坡诸色人等恐有家带入城，因此这养个门，但有外乡客人出入，好生盘解。燕青笑道：“你便是了事的工人，将这自家人只管盘问。俺两个从小在开封府勾当，这门下不知出入了几万遭。” 你颠倒只管盘问梁山坡人，眼睁睁的都放他过去了，便向身边取出假公文，披面丢将去道：“你看，这是开封府公文不是？”那间门官听的，喝道：“既是开封府公文，只管问他怎的，放他入去。”燕青一把抓了公文，揣在怀里，挑起笼子便走。戴宗也冷笑了一声。 两个径奔开封府前来，寻个客店安歇了。次日，燕青换领布衫穿了，将搭脖系了腰，换顶头巾，歪戴着，支装做小闲模样。笼内取了一帕子金珠，吩咐戴宗道：“哥哥，小弟今日去李师师家干事，倘有此撅撒，哥哥自快回去。”吩咐戴宗的当，一直取路，径奔李师师家来。 到的门前看时，依旧曲槛雕栏，绿窗朱户，比先时又修得好。燕青便接起斑竹帘子，从侧手边转将入来。早闻的异香馥郁，入到客位前，见周回吊挂名贤书画，阶檐下放着三二十盆怪石苍松，坐榻尽是雕花香楠木，小床坐入尽铺锦绣。 燕青微微的咳嗽一声，丫鬟出来见了，便传报李妈妈出来。看见是燕青，吃了一惊，便道：“你如何又来此间？”燕青道：“请出娘子来，小人自有话说。”李妈妈道：“你前番连累我家，坏了房子，你有话便说。”燕青道：“须是娘子出来方才说的。”李师师在窗子后听了多时。 转将出来，燕京看时，别是一般风韵。但见容貌似海棠姿小鹿，腰肢如杨柳鸟东风，浑如狼苑琼鸡，绝胜贵公仙子。当下李师师轻移莲步，款款相裙，走到客位里面。燕京起身，把那帕子放在桌上，先拜了李妈妈四拜，后拜李行首两拜。李师师谦让道。 免礼，俺年纪小，难以受拜。燕青拜罢，起身道：“前者惊恐，小人等安身无处。”李师师道：“你休要瞒我，你当初说到是张贤，那两个是山东客人。林七闹了一场，不是我巧言揍过官家，别的人时，却不满门遭祸。”他留下词中两句，道：“六六宴行连八九。” 只等金吉消息，我那时便自疑惑，正待要问谁想嫁到，后又闹了这场，不曾问的。今喜汝来，且是我心中之疑，你不要隐瞒，实对我说之。若不明言，绝无甘休。燕青道：“小人食宿中取，花魁娘子休要吃惊。前番来的那个黑矮身材为头做的。” 正是胡宝义宋江，第二位做的白俊面皮、三牙髭须，那个便是柴世宗嫡派子孙小旋风柴进。这工人打扮，立在面前的便是神行太保戴宗。门首和杨太尉厮打的正是黑旋风李逵。小人是北京大名府人士，人都唤小人做浪子燕青。当初俺哥哥来东京求见娘子，教小人诈作张贤。 来宅上入监，俺哥哥要见尊严，非徒买笑迎欢。只是久闻娘子遭际今上，以此亲自特来告诉中曲，指望将替天行道、保国安民之心上达天听，早得招安，免至生灵受苦。若蒙如此，则娘子是梁山坡数万人之恩主也。如今被奸臣当道，禅宁专权，闭塞贤路，下情不能上达。 因此上来寻这条门路，不想惊吓娘子，令俺哥哥无可拜送，只有此少微物在此，万望效留。燕青便打开帕子，摊桌上都是金珠宝贝器皿。那钱婆爱的是财，一见便喜，忙叫奶子收拾过了，便请燕青进里面小阁内坐地，安排好细食茶果，殷勤相待。原来李师师家。 皇帝不时间来，因此上公子王孙、富豪子弟，谁敢来他家讨茶吃？且说当时铺下盘转酒果，李师师亲自相待。燕青道：“小人是个该死的人，如何敢对花魁娘子坐地？”李师师道：“羞嫩的说，你这一般义士，久闻大名，只是奈园中间无有好人与汝们众位做成。” 因此上屈臣水坡燕青道：“前番陈太尉来招安，诏书上并无抚恤的言语，更兼抵换了御酒。第二番领诏招安，正是诏上要紧字样，故意读破巨斗，除宋江、卢俊义等大小人众所犯过恶，并与赦免。因此上又不曾归顺。同书密尹将军来，执两阵，杀得片甲不归。” 伺候高太尉役天下民夫造船征舰，指三镇人马折其大半。高太尉被俺哥哥活捉上山，不肯杀害，重重管待，送回京师，生擒人数尽都放海。他在梁山坡说了大事，如回到朝廷奏过天子，便来招安。因此带了梁山坡两个人来，一个是秀才萧让。 一个是能唱乐呵，眼见的把这两人藏在家里，不肯令他出来，损兵折将，必然瞒着天子。李师师道：“他这等破耗钱粮，损折兵将，如何敢奏？”这话我尽知了，且饮数杯，别做商议。燕青道：“小人天性不能饮酒。”李师师道：“路远风霜，到此开怀，也饮几杯。” 燕青被央不过，一杯两盏，只得陪侍。原来这里诗诗是个风尘妓女，水性的人，见了燕青这表人物，能言快说，口舌利便，倒有心看上他。酒席之间，用些话来招惹他。数杯酒后，一言半语，便来撩拨。燕青是个百灵百利的人，如何不省的？他却是好汉胸襟。 怕误了哥哥大事，那里敢来承惹？李师师道：“久闻的哥哥诸般乐意，久边闲听，愿闻也好。”燕青答道：“小人颇学的些本事，怎敢在娘子跟前卖弄？”李师师道：“我便先吹一曲，教哥哥听。便唤丫鬟取箫来，锦袋内撤出那管凤箫，李师师接来，口中轻轻吹动。” 端地是穿云裂石之声，燕青听了喝彩不已。李师师吹了一曲，递过箫来，与燕青道：“哥哥也吹一曲与我听则个。”燕青却要那婆娘欢喜，只得把出本事来，接过箫，便呜呜咽咽也吹一曲。李师师听了不住声喝彩，说道：“哥哥原来嫩的吹的好箫。”李师师取过软来。 播个小小的曲儿，娇燕倾听。果然是玉，其名黄莺对啭，余韵悠扬。燕青拜谢道：“小人也唱个曲儿，服侍娘子。”顿开咽喉，便唱，端地是声清韵美，字正腔真。唱罢又拜。李师师执盏擎杯，亲与燕青回酒谢唱，口里悠悠放出些妖娆声嗽。 来惹燕青，燕青紧紧的低了头，唯诺而已。数杯之后，李师师笑道：“文之哥哥好身文秀，愿求一观如何？”燕青笑道：“小人健体，虽有些花秀，怎敢在娘子面前宣衣裸体？”李师师道：“锦体世家子弟，那里去问宣衣裸体？三回五次，定要讨看。” 燕青知的脱薄下来，李师师看了十分大喜，把尖尖玉手便摸他身上。燕青慌忙穿了衣裳。李师师再与燕青把盏，又把言语来调他。燕青恐怕他动手动脚难以回避，心生一计，便动问道：“娘子今年贵庚多少？”李师师答道：“师师今年二十有七。”燕青说道。 小人今年二十有五，却小两年。娘子既然错爱，愿拜为子子。燕青便起身，推金山，到玉柱拜了八拜。这八拜是拜住那夫人一点邪心，中间里好干大事。若是第二个在酒色之中的，也把大事坏了。因此单显燕青心如铁石，端地是好男子。 当时燕青又请李妈妈来，也拜了，拜做干娘。燕青辞回，李师师道：“小哥只在我家下，休去殿中宿。”燕青道：“既蒙错爱，小人回殿中取了些东西便来。”李师师道：“休叫我这里专望。”燕青道：“殿中离此间不远，少客便到。”燕青暂别了李师师，进到客殿中。 把上件事和戴宗说了，戴宗道：“如此最好，只恐兄弟心猿意马，拴缚不定。”燕青道：“大丈夫处事，若为酒色而忘其本，此与禽兽何异？”燕青但有此心，死于万箭之下。戴宗笑道：“你我都是好汉，何必说事？”燕青道：“如何不说事？兄长必然生疑。” 戴宗道：“你当速去，善取方便，早干了事便回，休叫我久等。宿太尉的书也等你来下。”燕青收拾一包零碎金珠细软之物，再回李师师家，将一半送与李妈妈，一半散与全家大小，无一个不欢喜。便向客位侧边收拾一间房，叫燕青安歇。何家大小都叫叔叔。 也是缘法凑巧，至夜却好有人来报天子今晚到来。燕青听的，便去拜告李师师道：“子子做个方便，今夜教小弟得见圣颜，告的旨欲笔射书，射了小弟罪犯，出自子子之德。”李师师道：“今晚定教你见天子一面，你却把些本事洞达天言，射书和愁没有？看看天晚。” 月色朦胧，花香馥郁，兰麝芬芳。只见道君皇帝引着一个小黄门，扮作白衣秀士，从地道中境到李师师家后门来，到的格子里坐下，便叫前后关闭了门户，明晃晃点起灯烛荧煌。李师师关书插袋，整素衣裳，前来接驾，拜五起居，寒温已了。天子命。 去其整装衣服，相待寡人。李师师承旨，去其服色，迎驾入房。家间已准备下诸般细果，一口摇转，摆在面前。李师师举杯上劝天子，天子大喜，叫爱卿近前，一处坐地。李师师见天子龙颜大喜，向前奏道：“贱人有个姑舅兄弟，从小流落外方。” 近日才归，要见圣上，未敢善辩，祈取我王圣剑。天子道：“既然是你兄弟，便宣将来见寡人，有何妨？”乃子遂唤燕青，直到房内面见天子。燕青那头便拜。官家看了燕青一表人物，先自大喜。李师师、燕青吹箫，服侍圣上饮酒。少刻，又拨一回软。 然后叫燕青唱曲，燕青再拜奏道：“所记无非是淫词艳曲，如何敢服侍圣上？”官家道：“寡人私行妓馆，其意正要听燕曲消闷，卿当勿疑。”燕青接过象板，再拜罢，对李师师道：“音韵差错，望子子见教。”燕青顿开喉咽，手拿象板，唱《渔家傲》一曲。道士。 一别家山音信杳，百种相思长断何时了。燕子不来花又老，一春瘦的燕儿小。薄幸郎君何日到？想自当初，莫要相逢好。好梦欲成还又绝，绿窗但觉应啼晓。燕青唱罢，真乃是新莺乍转，清韵悠扬。天子甚喜，命教再唱。燕青拜倒在地。 奏道：“臣有一只剪字木兰花，上达天听。”天子道：“好，寡人愿闻。”燕青拜罢，遂唱《剪字木兰花》一曲。道士：“听哀告，听哀告，渐趋流落谁知道？谁知道？极天往地，罪恶难分颠倒。有人提出火坑中，肝胆长存忠孝，长存忠孝。” 有朝需把大恩人报。燕青唱罢，天子失惊，便问：“卿何故有此曲？”燕青大哭，拜在地下。天子转移，便道：“卿且诉胸中之事，寡人与卿理会。”燕青奏道：“臣有弥天之罪，不敢上奏。”天子曰：“赦卿无罪，但奏不妨。”燕青奏道。 臣自幼漂泊江湖，流落山东，跟随客商，路经梁山坡过，置备劫掳上山，遗住三年。今年方得脱身逃命，走回京师。虽然见的子子，则是不敢上街行走。倘或有人认得，通与做工的，此时如何分说？李师师便奏道：“我兄弟心中只有此苦，望陛下做主则个。” 天子笑道：“此事容易，你是李行首兄弟，谁敢拿你？”燕青以目送情于李师师，李师师撒娇撒痴，奏天子道：“我只要陛下亲书一道赦书，赦免我兄弟，他才放心。”天子云：“又无玉宝在此，如何写的？”李师师又奏道：“陛下亲书御笔，便强似玉宝天符。” 救济兄弟做的护身符时，也是见人遭际盛时。天子被逼不过，只得命去执笔。乃子随即捧过文房四宝，燕青磨的墨浓，李师师递过紫毫相管。天子拂开花间黄纸，横内大书一行，临写又问燕青道：“寡人望清姓氏。”燕青道：“男女唤作燕青。” 天子便写御书道：“神霄玉府真主宣和与世虚敬道君皇帝特赦燕青，本身一应无罪，诸司不许拿问。”写罢，下面压个玉书花字。燕青再拜叩头受命。李师师执盏擎杯谢恩。天子便问：“汝在梁山坡，必知那里被戏燕青奏道：“宋江这伙，骑上大叔替天行道。” 唐社忠义为名，不敢侵占州府，不肯扰害良民，单杀赃官污吏禅命之人，只是早望招安，愿与国家出力。天子乃曰：“寡人前者两番降诏，遣人招安，如何抗拒不服归降？”燕京玲珑道：“头一番招安，诏书上并无武婿招玉之言，更兼抵换了御酒，尽是村劳，以此变了事情。” 第二番招安，故把诏书读破，剧毒要除宋江，暗藏避，因此又变了事情。同枢密引军到来，指两阵杀得片甲不回。高太尉提督军马，又一天下民夫修造战船，征进不曾得梁山坡一根蛇箭。指三阵杀得手脚无措，军马折其三挺，自以易被活捉上山，许了招安。 方才放回，又带了山上二人在此，却留下文参谋在彼治当。天子听罢，便叹道：“寡人怎知此事？”童贯回京时奏说：“军士不服暑热，暂且收兵霸占，高俅回京奏道：“病患不能征进，权且霸占回京。”李师师奏道：“陛下虽然圣明，身居九重。” 却被奸臣闭塞贤路，如之奈何？天子嗟叹不已。约有更深。”燕青拿了赦书，叩头安置，自去歇息。天子与李师师上床同寝。当夜五更，自有内侍黄门接将去了。燕青起来，推到清早干事，竟来客店里，把说过的话对戴宗一一说之。戴宗道：“既然如此。” 多是幸事，我两个去下诉太尉的书。燕青道：“饭罢便去。”两个吃了些早饭，打斜了一笼子金珠细软之物，拿了书信，竟投宿太尉府中来。街坊上借问人时，说太尉在那里未归。燕青道：“这早晚正是退朝时分，如何未归？”街坊人道。 素太尉是今上心爱的进士官员，早晚与天子寸步不离，归早归晚难以指定。正说之间，有人报道：“这不是太尉来也。”燕青大喜，便对戴宗道：“哥哥，你只在此衙门前伺候，我自去见太尉去。”燕青近前看见一簇锦衣花帽从人捧着轿子，燕青就当街跪下。 便道：“小人有书札上呈太尉。”素太尉见了，叫道：“跟将进来。”燕青随到厅前，太尉下了轿子，便投侧手书院里坐下。太尉叫燕青入来，便问道：“你是那里来的干人？”燕青道：“小人从山东来，今有文参谋书札上呈。”太尉道：“那个文参吗？” 燕青便向怀中取出书呈递上去，肃太尉看了封题，说道：“我倒是那个文参谋，原来是我幼年间同窗的文焕章。”遂拆开书来看时，写道：“士生文焕章，木首百拜，奉书太尉恩相君座前。见子自调年时出入门墙，已三十载矣。左蒙高殿帅召至军前，参谋大事。” 奈元劝谏不从，忠言不听，三番败绩，言之甚羞。高太尉与建子一同被掳，陷于雷县。亦是宋公明宽裕仁慈，不忍加害。金高殿帅带领梁山萧让、乐和赴京，欲请招安。刘建子在此致当，万望恩相不惜齿牙，早晚于天子前提奏，速降招安之典。 比令义士宋公明等早得世罪获恩建功立业，国家幸甚，天下幸甚。就取建子石领再生之赐，福楚全权，幸垂照察。宣和四年春正月日，换章在拜奉上。素太尉看了书大惊，便问道：“你是谁？”燕青答道：“男女梁山坡浪子燕青。” 随即出来取了笼子，进到书院里。燕青禀道：“太尉在化州降乡时，多曾服侍太尉来，恩相缘何忘了？宋江哥哥有些微物相送，轻表我哥哥寸心。每日占卜课内，指着求太尉提拔救济。宋江等满眼指望太尉来招安，若得恩相，早晚于天子前提奏此事。” 则梁山坡十万人之众皆感大恩，哥哥则着献赐男女便回。燕青拜辞了，便出府来。素太尉使人收了金珠宝物，已有在心。且说燕青便和戴宗回殿中商议，这两件事都有些次第，只是萧让、乐和在高太尉府中怎生得出？戴宗道：“我和你依旧扮作工人。” 去高太尉府前伺候，等他府里有人出来，把些金银贿赂与他，赚的一个私见。通了消息，便有商量。当时两个换了结束，带将金银，镜投太平桥来，在衙门前窥望了一回，只见府里一个年纪小的鱼后摇摆江出来，燕青便向前与他施礼。那鱼后道：“你是甚人？” 燕表道：“请干办到茶肆中说话。”两个到格子内与戴宗相见，同坐吃茶。燕青道：“实不瞒干办说，前者太尉从梁山坡带来那两个人，一个跟的叫做乐和，与我这哥哥是亲眷，欲要见他一见，因此上向央干办。于后道：“你两个且休说，结堂深处的勾当，谁理会的？” 戴宗便向袖内取出一锭大银，放在桌子上，对于后道：“足下指引的乐呵出来相见一面，不要出衙门，便送这锭银子与足下。”那人见了财物，一时力动人心，便道：“端地有这两个人在里面。太尉君旨，只教养在后花园里歇宿。我与你唤他出来，说了话，你修失信，把银子与我。”戴宗道。 这个自然，那人便起身吩咐道：“你两个只在此茶房里等我。”那人急急入府去了。戴宗、燕青两个在茶房中等不到半个时辰，只见那小鱼后慌慌出来说道：“先把银子来，乐呵已叫出在耳房里了。”戴宗与燕青附耳低言：“如此如此。”就把银子与他。于后得了银子。 便引燕青耳房里来见乐和，那于后道：“你两个快说了话便去。”燕青便与乐和道：“我同戴宗在这里，定计赚的你两个出去。”乐和道：“只把我两个养在后花园中，墙垣又高，无计可出，折花梯子尽都藏过了，如何能够出来？”燕青道：“靠墙有树吗？”乐和道。 旁边一遭都是大柳树，燕青道：“今夜晚间，只听咳嗽为号，我在外面样过两条锁去，你就相近的柳树上把锁子缴付了，我两个在墙外各把一条锁子扯住，你两个就从锁上盘将出来，四更为期，不可失误。”那余后便道：“你两个只管说甚的，快去罢。” 乐呵自入去了，暗暗通报了萧让。燕青急急去与戴宗说知，当日至夜伺候着。且说燕青、戴宗两个，就街上买了两条粗索，藏在身边，先去高太尉府后看了落脚处。原来离府后是条河，河边却有两只空船缆着，离岸不远，两个便就空船里服了。 看看，听得更鼓一打四更，两个便上岸来，绕着墙后咳嗽。只听得墙里应声咳嗽，两边都已会意，燕青便把锁来样将过去，约莫里面拴缚牢了，两个在外面对脚钉紧紧的拽住锁头。只见乐和先盘出来，随后便是萧让，两个都溜降下来，却把锁子丢入墙内去了。 却去敲开客店门，房中取了行李，就店中打火做了早饭吃，算了房宿钱。四个来到城门边，等门开时义勇出来，望梁山坡回报消息。不是这四个回来，有份叫素太尉单奏此事。梁山坡全受招安，毕竟素太尉怎生奏请圣旨？且听下回分解。第八十二回。 梁山坡分金大买市，宋公明全火受招安。话说燕青在失时,时家遇见到君皇帝，告的一道本身赦书。伺候见了宿太尉，又和戴宗定计去高太尉府中转出萧让，乐呵。四个人等城门开时，随即出城，竟赶回梁山坡来，报知上相事务。 且说李师师当夜不见燕青来家，心中亦有些疑虑。却说高太尉府中亲随人次日公送茶饭与萧让，乐呵就房中不见了二人，慌忙报知都管。都管便来花园中看时，只见柳树边拴着两条粗索，已知走了二人，只得报知太尉。高俅听罢，吃了一惊，越添忧闷。 只在府中推病不出。次日五更，道君皇帝设朝，驾坐文德殿，文武班起，天子宣命，卷帘，指令左右近臣宣书密使童贯出班，问道：“你去遂统十万大军，亲为招讨，征进梁山坡，胜败如何？”童贯跪下，便奏道：“臣就遂统帅大军前去征进，非不效力。” 奈元暑热，军士不服水土，患病者众，十死二三。臣见军马艰难，以此权且收兵霸占，各归本营操练。所有御林军余路病患，多有损折。伺候降诏，此火贼人不服招抚，即高俅以周师征进，一中途暴病而返。天子大怒，喝道。 都是汝等杜贤极能奸佞之臣，瞒着寡人行事。你去遂统兵征伐梁山坡，如何止两阵被寇兵杀的人马翼，辟益片甲，指其无还，遂令王师败绩。此后高俅那私费了周郡多少钱粮，陷害了许多兵船，折了若干军马，自己又被寇活捉上山。宋江等不肯杀害，放将回来。 寡人闻宋江这伙不侵州府，不掠良民，只待招安，与国家出力。都是汝等不才贪佞之臣，枉受朝言绝禄，坏了国家大事。汝掌管枢密，岂不自惭？本当拿问，孤免这次再犯不饶。童贯默默无言，退在一边。天子又问：“你大臣中？” 谁可前去招抚梁山坡宋江等一般人众？圣宣未了，有殿前太尉宿元景出班跪下奏道：“臣虽不才，愿往一遭。”天子大喜，寡人御笔亲书丹诏，便叫台上御案扶开诏纸，天子就御案上亲书丹诏，左右近臣捧过玉宝，天子自行用起，又命库藏官。 教取金牌三十六面，银牌七十二面，红锦三十六匹，绿锦七十二匹，黄封御酒一百八瓶，进付与素太尉。又赠正从表里二十四匹金子，招安玉旗一面。现次日变形。素太尉就文德殿辞了天子，百官朝罢，童枢密羞惭满面，回府推病，不敢入朝。高太尉闻之。 恐惧无措，亦不敢入朝。有诗为证：“一封恩诏出明光，助砍梁山尽树庄。知道怀柔胜征伐，悔教赤子受一伤。”且说素太尉打单了御酒、金银牌面、断匹表里之物，上马出城，打起御赐金字黄旗，众官相送出南勋门，头几州进发，不在话下。却说燕青。 戴宗、萧让、乐和四个连夜到山寨，把上件事都说与宋公明并头领知道。燕青便取出道君皇帝御笔亲写射书，与宋江等众人看了。吴用道：“此回必有佳音。”宋江焚起好香，取出九天玄女客来，望空祈祷祝告了，补得个上上大吉之兆。宋江大喜，此事必成。 再烦戴宗、燕青前去探听虚实，坐即回报，好做准备。戴宗、燕青去了数日，回来报说，朝前差速太尉亲机丹诏，更有御酒、金银牌面、红绿锦缎表里前来招安，早晚到也。宋江听罢大喜，在忠义堂上忙传将令，奋拨人员，从梁山坡直抵济州地面。 扎富起二十四座山棚，上面都是结彩悬花，下面陈设笙箫鼓乐。各处附近州郡、顾欠乐人，奋拨于各山棚去处迎接赵赤。每一座山棚上拨一个小头目监管，一必叫人分头买办果品、海味、按酒、干食等项，准备盐宴茶饭席面。 且说肃太尉奉敕来梁山坡招安，一干人马以礼都到济州。太守张叔夜出郭迎接入城，馆驿中安下。太守起居肃太尉已毕，把过接风酒。张叔夜禀道：“朝廷颁诏敕来招安，已是二次，盖因不得其人，误了国家大事。今者太尉此行，必与国家立大功也。” 素太尉乃言：“天子进文梁山坡一伙以一为主，不侵州郡，不害良民，专一替天行道。金钗下官接道，天子御笔亲书丹诏，赐此金牌三十六面，银牌七十二面，红锦三十六匹，绿锦七十二匹，黄蜂御酒一百八瓶，表里二十四匹。来此招安，礼物轻否？”张叔夜道：“这一般人。” 非在礼物轻重，要图忠义报国，扬名后代。若得太尉早来如此，也不教国家损兵折将，虚耗了钱粮。此一伙义士归降之后，必与朝延建功立业。素太尉道：“下官在此专待，有樊太守亲往山寨报之，着令准备迎接。”张叔夜答道：“小官愿往。”随即上马出城。 带了十数个从人，镜投梁山坡来。到的山下，早有小头目接着，报上寨里来。宋江听罢，慌忙下山迎接张太守上山，到忠义堂上相见罢。张叔夜道：“议事恭喜，朝延特遣殿前宿太尉激情单照，御笔亲书，前来招安，赤赐金牌，表礼御酒。欲” 断匹现在济州城内，一是可以准备迎接赵纸。宋江大喜，以手加额道：“宋江等再生之幸。”当时留请张太守茶饭。张叔夜道：“非是下官俱意，唯恐太尉见怪回迟。宋江道：“略奉一杯，非敢为礼。”张叔夜坚持变形。宋江忙叫托出一盘金银相送。 张太守见了，便道：“这个绝不敢受。”宋江道：“些少微物，聊表寸心。若是必之后，尚容图报。”张叔夜道：“深感义士厚意后，且留于大寨，却来请领，意味为委婉。太守可谓廉以律己者矣。有诗为证：‘济州太守世无双，不爱黄金爱宋江。’” 信是清廉能服众，非官威势可招降。宋江便差大小军师吴用、朱武并萧让、乐和四个跟随张太守下山，直往济州来参见肃太尉。约至后日，众多大小头目离寨三十里外，福导相迎。当时吴用等跟随太守张叔夜连夜下山，直到济州。次日。 来管一中参见素太尉，拜罢跪在面前。素太尉叫平身起来，俱个命坐，四个谦让，那里敢坐？太尉问其姓氏，吴用答道：“小生吴用，在下朱武、萧让、乐和，奉兄长宋公明命，特来迎接恩相。兄长与弟兄，后日离寨三十里外，福道迎接。”素太尉大喜。 便道：“嘉亮先生，自从华州一别之后，已经数载。谁想今日得与众会？下官知汝弟兄之心，素怀忠义，只被奸臣闭塞，谗佞专权，使汝众人下情不能上达。目今天子悉已知之，特命下官赍到天子御笔亲书丹诏，金银牌面，红绿锦缎断，御酒表礼，前来招安。” 汝等勿疑，尽心受领。吴用等在拜称谢道：“山野狂夫有劳恩相降临，敢蒙天恩，解出太尉之赐。众弟兄刻骨铭心，难以补报。”张叔夜一面设宴管待。到第三日清晨，济州装起香车三座，将御酒另一处龙凤河内抬着，金银牌面，红绿帛缎。 别一处扛台，御书丹照，龙亭内安放。素太尉上了马，靠龙亭东行。太守张叔业骑马在后相陪，吴用等四人乘马跟着，大小人伴一齐簇拥。前面马上打着御赐小金黄旗、金鼓齐幡，队伍开路，出了济州，以礼前行。未及十里，早迎着山棚。 苏太尉在马上看了，见上面结彩悬花，下面竹箫鼓乐，进到迎接。再行不过数十里，又是结彩山棚。前面望见香烟福道，宋江、卢俊义跪在面前，背后众头领齐齐都跪在地下迎接恩召。苏太尉道：“都交上马，一同迎至水边。” 那梁山坡千百只战船一齐渡江过，直至金沙滩上岸。三关之上，三关之下，鼓乐喧天，军事岛从，一味不断，异乡缭绕，直至忠义堂前下马。香车龙亭牌放忠义堂上，中间设着三个几案，都用黄罗龙凤桌围围着，正中设万岁龙牌。 将御书丹诏放在中间，金银牌面放在左边，红绿锦缎放在右边，御酒表里亦放于前。金炉内焚着好香。宋江、卢俊义邀请素太尉、张太守上堂设座，左边立着萧让、乐和，右边立着裴宣、燕青。宋江、卢俊义等都跪在堂前。 裴宣贺拜，拜罢，萧让开读诏文，至曰：“朕自即位以来，用仁义以治天下，公赏罚以定干戈，求贤未尝少待，爱民如恐不及。遐迩赤子，贤之朕心。切念宋江、卢俊义等素怀忠义，不失暴虐，归顺之心已久，报效之志凛然。虽犯罪恶，” 各有所由，察其衷情，甚可怜悯。朕今特差殿前太尉苏元景赍捧诏书，亲到梁山水泊，将宋江等大小人员所犯罪恶进行赦免，给将金牌三十六面，红锦三十六匹，赐予宋江等上头领；银牌七十二面，绿锦七十二匹，赐予宋部下头目。赦书到日，莫负朕心，早早归顺。 必当重用，故自赵赤享依息之。宣和四年春二月日，赵氏萧让独霸单赵，宋江等山呼万岁，再拜谢恩已毕。素太尉取过金银牌面、红绿锦缎，令斐宣依次照明，给散已罢。叫开御酒，取过银酒海，都清在里面。 随即取过悬烧舀酒，就堂前温热，倾在银壶内。素太尉执着金钟，斟过一杯酒来，对众头领道：“素元景虽奉君命，特赍御酒到此，命赐众头领，诚恐一时见矣。元景先饮此杯，与众议事看，勿得疑虑。”众头领称谢不已。素太尉隐蔽。 在斟酒来，先劝宋江，宋江举杯跪饮，然后卢俊义、吴用、公孙胜陆续饮酒，便劝一百单八名头领俱饮一杯。宋江传令，叫收起御酒，却请太尉居中而坐，众头领拜赴起居。宋江近前称谢道：“宋江左者西岳得失台言。 多感太尉恩厚，于天子左右力奏，就拔宋江等再见天日之光，铭心刻骨，不敢有望。素太尉道：元景虽知义事等忠义凛然，替天行道，奈元不知旧礼委屈之事，因此天子左右未敢提奏，已到耽误了许多时。前者收到文参谋书，又蒙厚礼，方知有此钟情。 其日，天子在披香殿上，官家与远景闲论，问起一事，以此远景奏知此事。不期天子已知背隙，与某所奏相同。次日，天子驾坐文德殿，就百官之前，痛责同枢密，身怪高太尉累次无功，亲命取过文房四宝，天子御笔亲书丹诏，特差素某亲到大寨，启请众头领。 繁望议事，早早收拾朝京，修复圣天子宣诏府安之意。众皆大喜，拜首称谢。礼毕，张太守推说地方有事，别了太尉，自回城内去了。这里且说宋江交请初闻参谋相见，素太尉欣然话旧，满堂欢喜。当请素太尉居中上座，文参谋对席相陪。堂上堂下。 接列位次，大设筵宴，轮番把盏，厅前大吹大擂，虽无炮龙喷凤，端地是肉山酒海。当日尽皆大醉，各服归木次安歇。次日又排筵宴，个个倾心露胆，讲说平生之怀。第三日，在排席面，请宿太尉游山，至暮尽醉方散。舒儿已经数日。 素太尉要回，宋江等坚毅相留。素太尉道：“亦是不知旧礼，元景奉天子敕旨而来，到此间数日之久，何蒙英雄慨然归顺，大义俱全。若不及回，诚恐奸臣相妒，别生异议。宋江等道：“太尉既然如此，不敢苦留。今日尽此一罪。 来早拜送恩相下山，当时惠及大小头领近来，极易饮宴，吃酒中间，众皆称谢。素太尉又用好言抚恤，至晚方散。次日清晨，安排车马，宋江亲捧一盘金珠，道：“素太尉墓赐，再拜上献。”素太尉那里肯受，宋江再三献那，方才收了，打叠衣箱。 拴束行李鞍马，准备启程。其余跟来人数，连日自是朱武、乐呵管带，伊立引传，酒量高低，并皆厚赠金银财帛，众人皆喜。仍将金宝鸡送文参谋，亦不肯受。宋江坚持奉承，不肯收纳。宋江遂请文参谋随同宿太尉回京师，梁山坡大小头领。 金鼓戏乐，相送太尉下山，渡过金沙滩，距送过三十里外，众皆下马，与素太尉把盏践行。宋江当先执盏擎杯道：“太玉恩向回见天言善言，宝奏。”素太尉回道：“议事但且放心，只早早收拾朝京为上。军马若到京师来，可先使人到我府中通报，俺先奏闻天子。” 使人持节来迎，方见十分恭气。宋江道：“恩相荣富，小可水洼。自从王伦上山开创之后，却是晁盖上山，今至宋江，已经数载。附近居民扰害不浅，小可余意，今欲庆节资采买时十日，收拾一了，便当尽数朝京，安敢迟滞？以望太尉将此于中上达天听，以宽限赐。” 素太尉应允，别了众人，带了开照一干人马，自投济州而去。宋江等却回大寨，到忠义堂上鸣鼓聚众，大小头领坐下，诸多军校都到堂前。宋江传令：众弟兄在此。自从王伦开创山寨以来，伺候晁盖天王上山建业，如此兴旺。我自江州得众兄弟相救到此。 推我为尊，已经数载。今日喜得朝廷招安，重见天日之面，早晚要去朝京，与国家出力。近来汝等众人，但得府库之物，那于库中公用；其余所得之资，并从均分。我等一百八人，上应天星，生死一处。今者天子宽恩降诏，赦罪招安，大小众人。 尽皆视其所犯，我等一百八人，早晚朝京面圣，莫负天子洪恩。汝等军校也有自来落草的，也有随众上山的，亦有军官失陷的，亦有掳掠来的。今次我等受了招安，拒赴朝廷。你等如愿去的，作数上名进发；如不愿去的，就这里报名相辞。 我自激发你等下山，任从生理。宋江号令已罢，着落裴宣、萧让、赵蜀上名，号令一下，三军各各自去商议。当下辞去的也有三五千人，宋江皆赏钱物，激发去了。愿随去充军者，作数报官。次日，宋江又令萧让定了告示，差人四散取贴。 小事临近州郡乡镇村坊，个个报之。仍请诸人到山，买是时日。其告示曰：“梁山坡义士宋江等，仅以大义不告四方，向因聚众山林，多扰四方百姓。今日幸蒙天子宽仁厚德，特降诏敕，赦免本罪，招安归降，招募朝觐。无以酬谢，就本身买是时日。倘蒙不外。” 机甲前来，一一报答，并无虚谬，特此告知远近居民，勿以辞避。惠然光临，不胜万幸。宣和四年三日，梁山坡义士宋江等谨请。萧让写毕告示，差人去附近州郡及四散村坊进行贴便，发库纳金珠、宝贝、彩缎、绫罗、纱绢等项。 分散各头领并军校人员，另选一分为上国进奉，其余堆积山寨进行招人买市。十日，于三月初三日为始，至十三日止，宰下牛羊，运造酒礼。但到山寨里买事的人，尽以酒食管带犒劳从人。至期，四方居民提囊负笈，物集云屯，聚至山寨。宋江传令。 以一举十，聚个欢喜，拜谢下山。一连十日，每日如此。十日以外，筑坝买事，号令大小，收拾赴京朝觐。宋江便要起送各家老小还乡。吴用见道，兄长未可，且留众宝卷在此山寨，待我等朝觐面君之后，承恩已定，那时发遣各家老小还乡未迟。 宋江听罢道：“军师之言，即当。再传将令，教头领即便收拾整顿军事。宋江等随即火速起身，早到济州，谢了太守张叔夜。太守即设筵宴，管待众多义士，赏劳三军人马。宋江等辞了张太守，出城进发，带领众多军马，竟投东京来。先令戴宗。 燕青前来京师，宿太尉府中报之。太尉见说，随即便入内里奏知天子。宋江等众军马朝京。天子闻奏大喜，便差太尉并御驾指挥使一员，手持金毛节钺出城迎接。当下宿太尉领圣旨出郭。且说宋江军马在路，甚是摆得整齐，前面打着两面红旗。 一面上书“顺天”二字，一面上书“护国”二字。众头领都是戎装披挂，唯有吴学究穿金羽服，公孙胜鹤氅道袍，鲁智深烈火僧衣，武行者相皂之多。其余都是战袍金铠，本身服色。再路飞指一日，来到京师城外，前逢御驾指挥使持节迎着军马。 宋江闻之，领众头领前来参见。宋太尉已毕，且把军马屯住新曹门外，下了寨栅，听候圣旨。且说宋太尉并御驾指挥使入城，回奏天子说：宋江等军马俱屯在新曹门外，听候圣旨。天子乃曰：寡人久闻梁山坡宋江等有一百八人，上应天星，更兼英雄勇猛。 今已归降，道于京师。寡人来日引百官登宣德楼，可教宋江等居衣临敌，披挂戎装服色，修带大队人马，只将三五百马步军进城，自东过西。寡人亲要观看，也教在城军民知此英雄豪杰，为国良臣。然后确定谢其义甲。 除去军器，都穿所赐锦袍，从东华门而入，就文德殿朝见。御驾指挥使执行营寨前，口传圣旨与宋江等知道。次日，宋江传令，交铁面孔目裴宣选检彪形大汉五七百步军，前面打着金鼓旗，后面摆着枪刀斧钺，中间竖着顺天护国二面红旗。 军士葛玄刀剑弓使，众人个个都穿本身披挂，戎装袍甲，摆成队伍，从东郭门而入。只见东京百姓军民、扶老妾幼，破路观看，如睹天神。是时，天子引百官在宣德楼上临轩观看，见前面百列金鼓齐翻，枪刀斧钺各分队伍，中有踏白马军，打起顺天。 护国二面红旗，外有二三十骑马上随军鼓乐，后面众多好汉簇簇而行。谢珍、谢宝开路，朱五押后。怎见得一百八员英雄好汉入城朝淡见？但见风清玉碧，路易金盘，东方旭日初升，北阙珠帘半卷，南勋门外，百八员义士归心，宣德楼前。 亿万岁君王，刮目。苏威仪乍行朝典，逞精神有整军容。风雨日兴，并时天言之际，电雷霹雳，不凡天讨之威。地阙前万灵贤集，有圣有仙有哪吒有金刚有阎罗有判官有门神有太岁，乃至夜叉鬼魔，供养到君皇帝。凤楼下百兽来朝，为标。 未豹、未麒麟、未陨泥、未暗反玉、未金翅、为雕鹏、为龟圆，以及全属蛇蝎，皆知宋主人亡。五龙加日是为人云龙、混江龙、出林龙、九纹龙、独角龙，如出洞蛟翻江蜃，自逐对朝天。众虎离山是为插翅虎、跳涧虎、锦毛虎、花象虎、青眼虎。 笑面虎、矮脚虎、中剑虎、弱病大虫、母大虫，亦随班行里。原称公侯伯子的应安朝仪，谁知陈武山呼一许元丁，一算将作，传功之辈。凡生毛发须然的，自堪宠命；起一飞袍子绶，并加妇人、浪子、和尚、行者之身。你空名，则太保、军师。 骏马、孔目、狼将、先锋，官衔早烈，比古人，则霸王、李广、关索、温侯、尉迟、仁贵，当代重生。有那生得好的，如白面狼插一枝花，擎着笛扇鼓幡，欲歌且舞；看这生的丑得丑的，似青面兽猛鬼脸，拿着枪刀鞭剑，会战能争。长得比显道神，身长一丈。 狠得像石将军，力震三山，发可炽，言可轻，聚个宝丹心一片，摸得天，跳得浪，绝不走邪佞两途。洗尽君王，不似西时无面目。恩宽防御，果然此日没遮拦。试看全火里舞枪弄棒的书生，尤胜满朝中欺君害民的官吏。亦是今新玉主皇家史庆的人。 且说道君皇帝同百官在宣德楼上看了梁山坡宋江等这一行不从，喜动龙颜，心中大悦，与百官道：“此辈好汉，真英雄也！”叹羡不已，命殿头官传旨，教宋江等葛焕御赐锦袍见帝。殿头官领命，传与宋江等，向东华门外脱去戎装冠带。 穿了御赐红绿锦袍，悬带金银牌面，各带朝天金泽、抹绿朝靴。为公孙胜将红锦裁成道袍，鲁智深奉作僧衣，武行者改作直多，皆不忘君赐也。宋江、卢俊义为首，吴用、公孙胜为次，引领众人从东华门而入。当日整肃朝仪，陈设銮驾、陈牌时候。 天子驾升文德殿，以礼司官引宋江等依次入朝，排班行礼。殿头官赞拜吾起居，山湖万岁已毕。天子欣喜，敕令宣上文德殿来，召一班赐赐坐。命牌预言，赤光禄寺摆宴，梁运属进酒，珍修属进食，掌海属造饭，大官属供膳，教坊司奏乐。 天子亲御宝座陪宴，只见九重门起，明慧慧之鸾声，昌河天开，赌巍巍之龙滚。颜开戴帽，七宝器黄金嵌旧。炉列麒麟，百合香龙及龙脑修成。玻璃盏间琥珀中，玛瑙杯连珊瑚；赤鹰盘内高堆林府鸾杆，紫玉碟中满驮蹄熊掌。 桃花汤节旅塞北之黄杨，银丝快仙，剖江南之赤鲤，黄金盏满饭相许，紫霞杯宴服琼液，五祖八鬼，百味数修，糖椒就甘甜诗仙，面制成香酥定胜，方当酒尽五旬，正是汤臣三献，教坊司凤鸾少舞，礼乐司排长灵官，朝鬼门道。 分明开说，头一个庄外的黑漆浮头，有如明镜，描花罗银，眼若生城；第二个细色的系里水犀角腰带，裹红花绿叶罗金，黄衣银长衬短靴，彩绣金密排山水样；第三个墨色的裹结络球头帽子，折一叠胜罗衫。最先来提多甚分明，念几段杂文真罕有。 第四个净色的语言动众，颜色繁过；医院本填腔调曲，暗格饭打混发科。第五个贴近的盲中酒薄，眼目张狂，对额角涂一道明创，披面门抹两色哈粉，裹一顶油油腻腻旧头巾，穿一领邋邋遢遢破笑，吃六磅牙不嫌疼，打两仗麻鞭魂四耍。这五人引领着六十四回队五幽人。 百二十名散作乐工，扮演杂剧，装鼓打窜，个个青金筒帽，人人红戴红袍，吹龙笛，击驼鼓，声震云霄；弹锦瑟，抚银筝，运精鱼鸟，调百戏，众口喧哗，纵邪雨，齐声喝彩。装扮的是太平年万国来朝，雍熙是八仙庆寿，扮演的是玄宗梦游广寒殿。 狄青夜夺昆仑关，也有神仙道侣，亦有教子顺孙。观之者真可兼其心志，听之者足以养其性情。须臾间，八个排长簇拥着四个美人，歌舞双行，吹弹并举。歌的是朝天子贺胜朝感皇恩殿前欢志士之音，舞的是醉回回活观音柳青娘。 鲍老纯正之态，果然道：百宝装腰带，珍珠落必备，笑时花尽眼，舞罢锦缠头。大宴已成，众乐齐举，主上无为千万寿，天言有喜万方同。有诗为证：九重凤阙新开宴，千岁龙池就赐衣。盖世功名能自立，使心中一起相违。 且说天子赐宋江等颜宴，至暮方散，谢恩已罢。宋江等聚个簪花出内，在西华门外，个个上马，回归本寨。次日入城，离思引至文德殿谢恩，喜动龙颜。天子御加官爵，敕令宋江等来日受职。宋江等谢恩出朝回寨，不在话下。 又说，枢密院官剧本上奏，新降之人未效功劳，不可折贬加爵，可待日后征讨，建立功勋，量加官赏。现今数万之众逼城下寨，甚为不宜。陛下可将宋江等所部军马，原是京师有备县之将，仍还本处；外路军兵各归原所；其余人众分作五路。 山东、河北分调开去，此为上策。次日，天子命御驾指挥使，直至宋江营中，口传圣旨，令宋江等分开军马，各归原所。众头领听得，心中不悦，回道：“我等投降朝廷，都不曾见些官爵，便要将俺弟兄等分遣调开，俺等众头领生死相随，誓不相舍。” 端地要如此，我们只得再回梁山坡去。宋江急忙止住，遂用忠言恳求来使，反起善言回奏。那指挥使回到朝廷那里，敢隐蔽，只得把上相所言奏闻天子。天子大惊，即宣枢密院官记议。有枢密使同贯奏道：“这厮们虽降，其心不改，终一大患。” 以臣于义，不若陛下传旨，咸入京城，将此一百八人尽数剿除，然后分散他的军马，以绝国家之患。天子听罢，胜意沉吟未决，向那玉屏风背后转出一大臣，紫袍向简，高声喝道：“四边狼烟未息，中间又起祸胎，都是汝等庸恶之臣，坏了圣朝天下。”正是。 只凭立国安邦口来救惊天动地人，毕竟玉屏风后喝的那员大臣是谁？且听下回分解。第八十三回，宋公明奉诏破大辽，陈桥一滴泪斩小卒。话说当年有辽国狼主起兵前来，侵占山后九州边界，兵分四路而入，劫掳山东、山西，抢掠河南、河北。 各处州县深达表文，奏请朝延求救，先经枢密院，然后得到御前。所有枢密同贯同太师蔡京、太尉高俅、杨戬商议，那下表彰不奏，只是行移临近州府，催攒各处，竞调军马前去策应，正如单雪田井一般。此事人皆尽知，只瞒着天子一个。 是来四个贼臣设计，教书密铜贯起奏，将宋江等众要行陷害。不期那屏风后转出一员大臣来贺祝，正是殿前都太尉宿元景，便向殿前起奏道：“陛下，宋江这伙好汉方始归降，一百八人，恩同手足，义若同胞，他们绝不肯便拆散分开，虽死不舍相离。” 如何今又要害他众人性命？此辈好汉智勇非同小可。倘或城中翻遍起来，将何解救？现今辽国兴兵十万之众，侵占山后九州所属县制，各处申达表文求教，累次调兵前去征剿交,交锋，如汤泼矣。贼势浩大，所遣官军又无良策。 每每只是折兵损将，瞒着陛下不奏。以臣愚见，正好差宋江等全伙良将，不领所属军将人马，直抵本境，收复辽贼，令此辈好汉建功，禁用于国，实有便意。微臣不敢自专，祈请圣鉴。天子听罢，素太尉所奏，龙颜大喜，询问众官，俱言有理。 天子大骂枢密院同贯等官，都是汝等禅命之徒、误国之辈，妒贤嫉能，闭塞贤路，饰词矫情，坏尽朝廷大事。孤恕情罪，免其追问。天子亲书诏敕，赐宋江为破辽都先锋，卢俊义为副先锋，其余诸将待建功之后加官受爵。就差太尉苏元景亲击诏敕。 去宋将军前行营开读，天子退朝，百官皆散。且说宿太尉领了圣旨出朝，竟到宋江行寨前开读。宋江等忙排香案迎接，跪听赵赤已罢，众皆大喜。宋江等拜谢宿太尉道：“某等众人正欲如此，与国家出力，建功立业，以为忠臣。今得太尉恩相。” 立次宝奏，恩同父母。只有梁山坡朝天王灵位未曾安错，亦有各家老小家眷未曾发送还乡，所有成员未曾拆毁战船，亦未曾将来。有樊恩香提奏，启祥圣旨，宽限旬日，还山了此术事，整顿器具、枪刀、甲马，便当尽忠报国。 素太尉听罢大喜，回奏天子：“吉祥圣旨，敕赐库内取金一千两，银五千两，彩缎五千匹，颁赐众将。就令太尉于库藏开支，去行营散与众将。原有老小者，赏赐给父与老小，养善终身。原无老小者，给父本人自行收受。”宋江奉敕谢恩已毕。 给散众人收气，速太尉回朝，吩咐宋江道：“将军环山可速去，快来，先使人报知下官，不可迟误。”再说宋江聚众商议，所带环山人数是谁？宋江与同军师吴用、公孙胜、林冲、刘唐、杜迁、宋万、朱贵、宋清、阮家三弟兄马步水军一万余人回去。 其余大队人马都随卢先锋在京师屯扎。宋江与吴用、公孙胜等余路无话，回到梁山坡忠义堂坐下，便传将令，叫各家老小眷属收拾行李，准备启程；一面叫宰杀猪羊牲口，香烛钱马祭献朝天王，然后焚化灵牌，随即将各家老小。 各个送回原所州县，上车乘马聚已去了。然后教自家庄客送老小、送太公并家眷人口，再回运城县宋家村复为良民。随即叫阮家三弟兄拣选合用船只，其余不堪用的小船，进行给散雨附近居民收用。山中应有屋宇房舍，任从居民搬拆。三官成员。 忠义等屋进行拆毁，一应事务整理已了，收拾人马，火速还京。一路无话，早到东京。卢俊义等皆至大寨，先使燕青入城，报知宿太尉，要辞天子，引领大军启程。宿太尉见报，入内奏知天子。次日，引宋江于武英殿朝见天子。 龙颜新月，赐酒以罢。玉音道：“卿等修辞，道途跋涉，军马驱驰，与寡人争虏破辽，早奏凯歌而回。朕当众加录用。其众将校，良功嘉爵，卿勿待焉。”宋江叩头称谢，端简起奏：“臣乃笔尾小吏，误犯刑典，留抵江州。”最后狂言，临行气势。 重力救之，无处逃避，遂乃前身水坡，苟延微命。所犯罪恶，万死难逃。金蒙圣上宽恤放禄，大孚旷荡之恩，得蒙赦免本罪。臣披肝沥胆，尚不能补报皇上之恩，今奉诏命，敢不竭力尽忠，死而后已。天子大喜，再次御酒。 教取苗金，却画弓箭一副，名马一匹，全副安配，宝刀一口，赐予宋江。宋江叩首谢恩，辞笔出内。将领天子御赐宝刀、鞍马、弓箭，就带回营。传令诸军将校准备起行。且说徽宗天子赐早令肃太尉传下圣旨，教中书省院官二员。 就陈桥驿与宋江先锋犒劳三军，每名军士酒一瓶，肉一斤。对众官之，无得苛减。中书省得了圣旨，一面连更小夜，整顿酒肉，差官二员前去给散。再说宋江传令诸军，便与军师吴用计议，将军马分作二起进城，令五虎八彪将引军先行，十彪骑将在后。宋江。 卢俊义、吴用、公孙胜统领中军，水军头领三阮、李俊、张衡、张顺带领童威、童猛、孟康、王定六病水手头目人等，撑驾战船，自蔡河内出黄河，投北进发。宋江催攒三军，去陈桥驿大路而进，号令军下，无得动扰乡民，有失为证。 招摇经配出天京，受命专师是远征。请看梁山军纪律，何如太尉御营兵？且说中书省差到二员乡官，在陈桥驿给散酒肉，赏劳三军。谁想这伙官员贪婪无厌，徇私舞弊，克俭酒肉，都是那等馋佞之徒、贪爱贿赂的人，却将御赐的官酒每瓶克减只有半瓶。 肉一听，克减六两。前队军马进行给散过了，后军散到一队造军之中，都是头上黑盔，身披玄甲，却是向冲、李衮所管的牌手。那军汉中一个军校接的酒肉过来，看时酒之半瓶，肉之十两，指着乡官骂道：“都是你这等好利之徒，坏了朝颜恩赏。”乡官喝道。 我怎的是好力之感？那君叫道：“皇帝赐俺一瓶酒，一斤肉，你都克减了，不是我们争嘴，堪恨你这厮们无道理，佛面上去刮尽。”乡官骂道：“你这大胆，寡不尽，杀不绝的贼！”梁山坡反性尚不敢。军校大怒，把这酒和肉劈脸都打僵去。乡官喝道：“捉下这个泼贼！” 那军校就团牌边撤出刀来，乡官指着手大骂道：“燕派草寇，拨刀敢杀谁？”军校道：“俺在梁山坡时，强似你的好汉，被我杀了万千。梁，你这等贼官，直谢甚鸟？”乡官喝道：“你敢杀我？”那军校走入一步，手起一刀飞去，正中乡官脸上，剁着扑的到了。 众人发声喊，都走了。那军汉又赶将入来，再剁了几刀，眼见的不能够活了。众军汉促住了，不行。当下，向冲、李衍飞报宋江。宋江听得大惊，便与吴用商议此事，如之奈何？吴学究道：“省院官甚是不喜我等，今又做的这件事来，正中了他的机会。” 只可先把那军校斩首号令，一面身赴省院勒兵听罪。急急可叫戴宗、燕青悄悄进城，背细告知宿太尉。凡他预先奏之为曲，令中书省院残害不得，方保无事。宋江记议定了，飞马亲到陈桥一边。那军效力在此尸边不动。宋江自令人于馆驿内搬出酒肉。 上劳三军都叫进前，却唤这军校直到管义中问其情节。那军教答道：“他千梁山坡反贼，万梁山坡反贼，骂俺们杀寡不尽，因此一时兴起杀了他，专待将军听罪。”宋江道：“他是朝延命官，我兀自拒他，你如何便把他来杀了？须是要连累我等众人。” 俺如今方使奉诏去破大辽，未曾见尺寸之功，倒做了这等的勾当，如之奈何？那军校叩首服死。宋江哭道：“我自从上梁山坡以来，大小兄弟不曾坏了一个。今日一身入关所管，寸步也由我不得。虽是你强气未灭，使不得旧时性格。”这军校道：“小人只是服死。” 宋江令那君笑痛饮一醉，教他树下一死，却斩头来号令，将相关尸首被棺椁盛住，然后动文书申呈中书省院，不在话下。再说戴宗、燕青前帝进城，竟到素太尉府内备戏诉之钟情。当晚素太尉入内，将上相事务奏之天子。次日，皇上于文德殿设朝。 当有中书省院官出班奏曰：“新将将宋江部下兵卒杀死，省院拆去兼散酒肉，命官一员，起圣旨拿问。”天子曰：“寡人代不威你省院来，是却该你这衙门。你们又委用不得其人，以致惹起事端。赏军酒肉，大破小用，军士有名无实，以致如此。”省院等官又奏道。 御酒之物，谁敢克减？是十天威震怒，喝道：“寡人已自差人案行体察，深知被戏。尔等上次巧言令色，对朕之无。寡人御赐之酒，一瓶克半瓶；赐肉一斤，只有十两，以致壮士一怒，目前流血。”天子喝问：“正犯安在？”省院官奏道。 宋江以自将本犯斩首号令示众，申成本愿，乐兵听罪。天子曰：“他既斩了正犯军士，宋江禁至不言之罪，全且记录。待破辽回日，亮公理会。”省院官默默无言而退。天子当时传旨，差官前去催督宋江启程。所杀军校就与陈桥义枭首示众。 却说宋江正在陈桥驿乐兵听罪，只见架上差官来到，着宋江等进兵征辽，违犯军校，枭首示众。宋江谢恩已毕，将军校首级挂于陈桥驿号令，将尸埋了。宋江大哭一场，垂泪上马，提兵望北而进。每日兵行六十里，扎营下寨，所过州县，秋毫无犯。 沿路无话，将次相近辽境，宋江便请军师吴用商议道：“即日辽兵四路侵犯，我等分兵前去征讨的事，只打城池的事。”吴用道：“若是分补前去，奈原地广人稀，首尾不能就应。不知只是打他几个城池，却在商量。若还攻击的紧，他自然收兵。”宋江道。 军师此计甚高，随即唤过段景柱来，吩咐道：“你走北路甚熟，可引领军马前进。进的是慎州县。”段景柱禀道：“前面便是潭州，正是辽国紧要隘口，有条水路港岔最深，唤作陆水，团团绕着城池。这陆水直通渭河，需用战船征进。” 宜先攒水军头领船只到了，然后水陆并进，船旗相连，可取潭州。宋江听罢，便是戴宗催促水军头领李俊等小叶攒船至陆水取其，却说宋江整点人马，水军船只，约会日期，水陆并行，杀头潭州来。且说潭州城内，手把城池翻关 却是辽国洞仙侍郎，手下四员猛将，一个唤作阿里奇，一个唤作咬儿维康，一个唤作楚明玉，一个唤作曹明记此四员战将皆有万夫不当之勇。闻知宋朝拆宋江全火到来，一面写表深奏狼主，一面官报临近冀州、霸州、涿州、雄州旧应，一面调兵出战迎敌。 便差阿里奇、楚明玉两个引兵出城。且说大刀关胜在于前部先锋，引军杀进潭州所属密云县来。县官闻的飞报与两个番将说道：“宋朝军马大张旗号，乃是染山坡新受招安宋江这伙。”阿里奇听了，笑道：“既是这伙草寇，何足道哉？”传令叫番兵扎钉椅了。 来日出密云县与宋江交锋。次日，宋江听报辽兵已进，及时传令将士：交锋要看头势，休要失之脱节。众将得令，披挂上马。宋江、卢俊义俱各戎装换代，亲在军前监战。远远望见辽兵盖地而来，黑洞洞遮天蔽日，都是造雕旗。 两下骑把弓弩射住阵脚，只见对阵造旗开处，正中间捧出一员翻江，骑着一匹打马，弯环踢跳。宋江看那翻江时，怎生打扮？但见戴一顶三叉紫金冠，冠口内拴两根雉尾，穿一领衬甲白罗袍，袍背上绣三个凤凰，披一副连环冰铁铠。 系一条嵌宝石蛮带，这一对去根鹰爪靴，挂一条护相削金帕，带一张却画铁胎弓，悬一壶凋零做子箭，手梨花点钢枪，坐骑银色全花马。那番官旗号上写的分明：大辽上将阿里奇。宋江看了，与诸将道：“此番将不可轻敌。”言未绝，金枪手徐宁出战。 横着钩连枪，骤坐下马，直临阵前。番将阿里奇见了，大骂道：“宋朝何败？命草寇为将，敢来侵犯大国，尚不知死！”徐宁喝道：“辱国小将，敢出秽言！”两军呐喊。徐宁与阿里奇抢到垓心交战，两马相逢，兵器并举。二将斗不过三十余合，徐宁敌不住番将。 望本阵便走，花荣急取弓箭在手。那番将正赶将来，张青又早按住鞍桥，探手去锦袋内取个石子，看着番将较近，照面门上指一石子，正中阿里奇左眼，翻金斗落于马下。这里花荣、林冲、秦明、索超四将齐出，先抢了那匹好马，活捉了阿里奇归阵。 副将楚明遇见折了阿里奇，即要向前去救时，被宋江大队军马前后掩杀将来，就弃了密云，大败亏输，奔潭州来。宋江且不追赶，就在密云县屯扎下营，看翻将阿里奇时，打破眉梢，损其一目，副统身死。宋江传令，交把翻官尸骸烧化，功绩簿上。 标写张清第一功，就将阿里奇连环兵铁铠、出白梨花枪、嵌宝石蛮带、银色全花马，并靴、袍、弓、箭都赐了张清。是日且就密云县中众皆作贺，设宴饮酒，不在话下。次日，宋江升帐，传令起军，都离密云县，直抵潭州来。 却说潭州严先侍郎听得报来，折了一员正将，坚壁城门，不出迎敌。又听得报有水军战船在于城下，遂乃引众番将上城观看。只见宋江阵中猛将摇旗呐喊，耀武扬威，战厮杀。洞仙侍郎见了，说道：“赐此怎不输了小将军阿里奇？”当下副将楚明玉答应道。 小将军那里是输与那厮，蛮兵先输了。俺小将军赶将过去，被那里一个穿绿的蛮子一石子打下马去。那厮队里四个蛮子，四条枪便来攒住了。俺这必香措手不及，以此输与他了。洞仙侍,侍郎道：“那个打石子的蛮子怎地模样？”左右有认得的，指着说道。 城下兀那个戴青包巾，现今披着小将军的义甲，骑着小将军的马，那个便是。洞仙侍郎攀着女墙边看时，只见张青以自先见了，攒马向前，只一石子飞来。左右齐叫一声躲时，那石子早从洞仙侍郎耳边擦过，把耳轮擦了一片皮。洞仙侍郎腹疼道：“这个蛮子真这般厉害。” 下城来，一面写表深奏大辽郎主，一面行报外境各州提备。却说宋江引兵在城下，一连打了三五日，不能取胜，在引军马回密云县屯住。帐中坐下，计议破城之策。只见戴宗报来，取到水军头领，乘驾战船都到潞水。宋江便教李俊等到军中商议。 李俊等都到帐前参见宋江。宋江道：“今次厮杀，不比在梁山坡时，可要先探水势深浅，方可进兵。我看这条路水水势甚急，倘或一失，难以救应。尔等已仔细，不可拖大，将船只盖伏的好着，只扮作运粮船相似。你等头领各带暗器，潜伏于船内。” 指着三五人撑架摇橹，岸上这两人提千拽，一步步挨到城下，把船舶在两岸，待我这里进兵。城中知道，避开水门来抢粮船，尔等伏兵却起，夺他水门，可成大功。李俊等听令去了。只见探水小校报道：西北上有一彪军马卷沙而来，都打着造雕旗，约有一万余人。 往潭州来了。吴用道：“必是辽国调来救兵。我这里先差几将拦截厮杀，杀得散时，免令城中的他壮胆。”宋江便差张清、董平、关胜、林冲各带十数个小头领，五千军马飞奔前来。原来辽国郎主闻之，说是梁山坡宋江这伙好汉，领兵杀至岭州，围了城子。 特差这两个皇侄前来救应，一个唤作耶律国真，一个唤叫国宝，两个乃是辽国上将，又是皇侄，皆有万夫不当之勇，引起一万番兵来救潭州。看看至近，迎着宋兵，两边摆开阵势，两员番将一齐出马，但见。 头戴装金嵌宝三叉紫金冠，身披锦边珠嵌锁子黄金铠，身上星星血染战红袍，袍上斑斑锦织金翅雕，腰系白玉带，背插虎头牌，左边带内插雕弓，右手壶中攒硬箭，手中仗二绿沉枪，坐下骑九尺银鬃马。那番将是弟兄两个，都一般打扮，都一般使枪。 宋兵迎着，摆开阵势，双枪将董平出马，厉声高叫：“来者甚处？番贼！”那耶律国真大怒，喝道：“水洼草寇，敢来犯无大国？倒问俺那里来的？”董平也不再问，跃马挺枪，直抢耶律国真。那番家年少的将军性气正刚，那里肯饶人一步？挺起钢枪，直迎过来。 二马相交，三枪乱举。二将正在征臣营里，杀气丛中。使双枪的别有枪法，使单枪的各用神机。两个斗过五十合，不分胜败。那耶律国宝见哥哥战了许多时，恐怕力怯，就中军筛,筛起锣来。耶律国真正斗到热处，听得鸣锣，即要脱身，被董平两条枪绞住。 那里肯放？耶律国真此时心忙，枪法慢了些，被董平右手逼过绿尘枪，拾起左手枪来，望翻将象根上之一枪，硕个正着。可怜耶律国真金冠倒着，两脚蹬空，落于马下。兄弟耶律国宝看见哥哥落马，便抢出阵来，一骑马，一条枪，奔来救取。宋兵阵上没遇见张清。 见他过来，这里那得放空，在马上约住梨花枪，探只手去锦袋内拈出一个石子，把马一拍，飞出阵前。这耶律国宝飞也似来，张青迎头扑将去，两骑马隔步的十来丈远近，翻江不提防，只到他来交战。只见张青手起，喝声道：“战！” 那石子望耶律国宝面上打个正着，翻筋斗落马。关胜、林冲拥兵掩杀，辽兵无主，东西乱窜。只一阵，杀散辽兵万余人马，把两个番官全副鞍马、两面金牌收拾，宝官袍甲仍割下两颗首级。当时夺了战马一千余匹，借到密云县来见宋江县呐、啊。 宋江大喜，赏劳三军，书写董平、张清第二功，等打破潭州，一并申奏。宋江与吴用商议，到晚写下军帖，差调林冲、关胜引领一彪军马从西北上去取潭州，再调呼延灼、董平也引一彪军马从东北上进兵，却教卢俊义引一彪军马从西南上取路。 我等中军从东南路上去，只听得炮响，一齐进发。却差炮手林震及李逵、樊瑞、鲍旭并排手向冲、李衮，将带滚排军一千余人，直去城下施放号炮。至二更为期，水陆并进，各路军兵都要私应。号令已了，诸军各个准备取城。 且说洞仙侍,侍郎正在潭州坚守，专望救兵到来，却有黄执败残人马逃命奔入城中，被细告说两个黄执大王耶律国真被个使双枪的害了，耶律国宝被个带青包金的使石子打下马来拿去。洞仙侍,侍郎跌脚骂道：“又是这蛮子，不争损了二位皇侄，教俺有甚面目去见狼主？” 拿住那个青包金的蛮子时，碎碎的搁那斯。至晚，藩兵暴动先，先是郎道：露水河内有五七百只粮船舶在两岸，远远处又有军马来也。洞仙带郎听了道：那蛮子不识俺的水路，错把粮船直行到这里，岸上人马一定是来寻粮船，便差三元藩将楚明玉、曹明济。 咬儿维康前来吩咐道：“那宋江等蛮子今晚又调许多人马来，却有若干粮船在俺河里。可叫咬儿维康引一千军马出城冲突，却交楚明玉、曹明济开放水门，从锦溜里放船出去。三停之内劫他二停粮船，便是汝等干大功也。不知成败何如？有诗为证。” 妙算从来迥不同，潭州城下列蒙冲。侍郎不识兵家意，反自开门把路通。再说宋江人马，当晚黄昏，左侧李逵、樊瑞为首，将引部军在城下大骂。洞仙侍郎叫咬儿、为康催攒军马出城冲杀。城门开处，放下吊桥，辽兵出城。却说李逵、樊瑞。 鲍旭、项冲、李演五个好汉，引一千步军，尽是汉勇刀排手，就吊桥边冲住番军人马。那里能够出得城来？凌振却在军中搭起炮架，准备放炮，只等时候来到，由他城上放箭，自有排手左右抵着。鲍旭却在后面呐喊，虽是一千余人，却是万余人的气象。 宋仙侍郎在城中见军马冲突不出，即叫楚明玉、曹明济开了水门抢船。此时宋江水军头领都已先自伏在船中准备，未曾动弹。见他水门开了，一片片搅起闸板，放出战船来。林阵得了消息，便先点起一个烽火炮来。炮声响处，两边战船四营将来，抵敌翻船。 左边涌出李俊、张衡、张顺，右边涌出阮家三弟兄，都使着战船杀入帆船队里。帆将楚明玉、曹明济见战船踊跃而来，抵敌不住，料到有埋伏军兵，争代要回船，早被这里水手军兵都跳过船来，只得上岸而走。宋江水军那六个头领先抢了水门，管门翻将杀的杀了。 走的走了，这楚明玉、曹明济各自逃命去了。水门上预先一把火起，临振又放一个车厢炮来，那炮直飞在半天里响。洞仙侍郎听得火炮连天声响，吓得魂不附体。李逵、樊瑞、鲍旭引领排手、向冲、李衮等众直杀入城。洞仙侍郎和咬儿、维康在城中。 看见城门已都被夺了，又见四路宋兵一齐都杀到来，只得上马弃了城池，出北门便走。未及二里，正撞着大刀关胜、豹子头林冲拦住去路。正是天罗密布难一步，地网高张怎脱身？毕竟洞仙侍,侍郎怎地逃生？且听下回分解。第八十四回，宋公明兵打冀州城。 卢俊义大战玉田县。话说洞仙侍,侍郎见潭州已失，只得奔走出城，同咬儿为康拥护而行。正撞着林冲、关胜，大杀一阵。那里有心恋战，望自协里，死命撞出去。关胜、林冲要抢城子，也不来追赶，且奔入城。却说宋江引大队军马入潭州，赶散藩军。 一面出榜安抚百姓军民，秋毫不许有犯；传令叫把战船尽数收入城中。一面赏劳三军，即将在城辽国所用官员，有姓者仍前委用，无姓翻官进行发遣出城，还于沙漠。一面写表身奏昭言，得了潭州、晋江府库财帛金宝，借赴京师，写书身呈肃太尉，提奏此事。 天子闻奏，龙颜大喜，随即降旨，引差东京府同知赵安府统领二万御营军马前来兼战。却说宋江等听得报来，引从江出，郭远远迎接，入到潭州内歇下，全为行军帅府。诸将头目进来参见，失礼已毕。原来这赵安府祖是赵家宗派，为人宽仁厚德，做事端方。 亦是素太位于天子前宝奏，特查此人上边监督兵马。这赵安甫见了宋江仁德，十分欢喜，说道：“圣上已知你等众将用心，军士劳苦，特差下官前来军前监督，就击赏赐金银缎匹二十五车。但有奇功，深奏朝廷，请将官封。将军今已得了州郡，下官再当深达朝廷。” 众将皆需尽忠竭力，早成大功，班师回京，天子必当重用。宋江等拜谢道：“请樊安抚相公镇守潭州，小将等奋兵攻取辽国紧要州郡，教他首尾不能相顾。一面将赏赐表散军将，一面乐回各路军马听调，攻取辽国州郡。”有杨雄禀道：“前面便是冀州相近。” 此处是个大郡，钱粮极广，米麦丰盈，乃是辽国库藏。打了冀州，诸处可取。宋江听罢，便请军师吴用商议。却说洞仙侍,侍郎与咬儿、韦康正往东走，撞见楚明玉、曹明记引着些败残军马，一同投奔冀州。入得城来，见了玉帝大王耶律的众，诉说宋江兵将浩大。 内有一个使石子的蛮子，十分了得。那石子百发百中，不放一个空，最会打人。两位皇侄并小将阿里奇，竟是被他石子打死了。耶律大王道：“既是这般，你且在这里帮俺杀那蛮子。”说犹未了，只见刘兴探马报将来说道：“宋江兵分两路来打冀州，一路杀至平舆县。” 一路杀至玉田县，玉帝大王听了，随即便叫动仙侍郎，将引本部军马把住平玉县口，不要和他厮杀。俺先引兵，且拿了玉田县的蛮子，却从背后抄将过来。平玉县的蛮子走往那里去？一边官报霸州、幽州，叫两路军马前来接应。原来这冀州。 却是辽国郎主差玉帝耶律的重手把，不领四个孩儿：长子宗云，次子宗殿，三子宗雷，四子宗林。后下十数员战将，一个总兵大将，唤作保密圣；一个副总兵，唤作天山勇，守住着冀州城池。当时玉帝大王嘱咐保密圣守城，亲引大军，将带四个孩儿，并副总兵天山勇。 飞奔玉田县来。且说宋江引兵前至平玉县，见前面把住关隘，未敢进兵，就平玉县西屯住。却说卢俊义引许多战将，三万人马前到玉田县，早与辽兵相近。卢俊义便与军师朱武商议道：“目金与辽兵相近，只是无人不识越境，到他地理生疏，何策可取？”朱武答道。 若论于义，未知他地理。诸君不可善进，可将队伍摆为长蛇之势，首尾相应，循环无端。如此则不愁地理生疏。卢先锋道：“军师所言正合无意，遂乃催兵前进。远远望见辽兵盖地而来，但见黄沙漫漫，黑雾浓浓，造雕旗展一派乌云。 拐子马荡半天杀气，青毡笠帽似千尺荷叶弄清风；铁打兜鍪如万顷海洋凝冻日。人人衣襟左眼，个个发达其间。连环铁铠重披，刺那战袍紧系。番军撞剑，黑面皮、闭眼黄须，打马咆哮，阔膀膊、钢腰、铁脚。羊角弓攒杀柳箭，虎皮袍衬窄貂鞍。 生居边塞，长成会拽硬弓；是本朔方，养大能骑烈马。铜枪解骨军前打，如夜胡家马上吹。那玉帝大王耶律德重引兵先到玉田县，将军马摆开阵势。宋军中朱武上云梯看了下来，回报卢先锋道：“番人不得阵，乃是五虎靠山阵，不足为奇。”朱武再上江台。 把好奇招动，左盘右旋，调拨众军，也摆一个阵势。卢俊义看了，不识，问道：“此是何阵势？”朱武道：“此乃是坤化为鹏阵。”卢俊义道：“何为坤化为鹏？”朱武道：“北海有鱼，其名曰鲲，能化大鹏，一飞九万里。此阵远观近看，只是个小阵。若来攻时，” 便变作大阵，因此唤作坤化为鹏。卢俊一听，称赞不已。对阵敌军，鼓响门旗开处，那玉帝大王亲自出马，四个孩儿分在左右，都是一般披挂。但见头戴铁曼笠，枪剑翻盔，上拴纯黑囚鹰，身衬宝圆镜柳叶细甲，系条湿蛮金带，踏蹬靴半弯鹰嘴。 梨花袍锦香盘龙，各挂强弓硬弩，都骑骏马雕鞍，腰间尽插昆剑，手内齐拿扫帚刀。中间玉帝大王，两边四个小将军，身上两肩甲都悬着小小明镜，镜边对嵌着噪音四口宝刀，四骑快马，齐齐摆在阵前。 那玉帝大王背后又是层层百列，自有许多战将。那四员小将军高声大叫：“汝等草贼，何敢犯吾边界？”卢俊义听得，便问道：“两军临敌，那个英雄当先出战？”说犹未了，只见大刀关胜舞起青龙偃月刀，争先出马。那边翻江耶律宗云舞刀拍马来迎关胜，两个斗不上五合。 耶律宗林拍马舞刀，便来协助。呼延灼见了，举起双鞭，直出营主厮杀。那两个耶律宗殿、耶律宗雷弟兄挺刀跃马，齐出交战。这里徐宁、索超各举兵器相迎，四对儿在阵前厮杀，搅作一团，打作一块。争斗之间，没雨见张青看见，悄悄的纵马攒向阵前。 却有潭州败残的军士认得张清慌忙报之玉帝大王道：“这对朕穿绿战袍的蛮子，便是贯飞石子的。他如今攒马出阵来，又是前番手段。”天山勇听了便道：“大王放心，教这蛮子吃俺一弩箭。”原来那天山勇马上贯使七魔弩，一尺来长铁灵箭，有名唤做一点油。 那天山勇在马上把了事还带住，攒马出阵，教两个副将在前面影射着，三骑马悄悄直攒至阵前。张青又先见了，偷取石子在手，看着那番官当头的，只一石子，急叫着，早从盔上擦过。那天山勇却闪在浙江马背后，安的见稳，扣的弦正，去着张青较劲。 直射将来，张清叫声“啊也，几躲时射中咽喉，翻身落马。双枪将董平、九纹龙史进将尹解珍、谢宝死命去救回。卢先锋看了，急叫拨出箭来，血流不止，项上便束缚兜住。随即叫邹渊、邹润福张清上车子护送回潭州，叫神医安道全调治。 车子却才去了，只见阵前喊声又起，报道西北上有一彪军马飞奔杀来，并不打话，横冲直撞，赶入阵中。卢俊义渐渐射了张清，无心恋战，四将葛杨枢诈败退回去了。四个番将乘势赶来，西北上来的番军自斜里又杀将来，对阵的大队番军。 山道也似踊跃将来，那里变的阵法，三军众将隔得七断八续，你我不能相救，只留卢俊义一骑马，一条枪到沙国那边去了。天色傍晚，四个小将军却好回来，正迎着卢俊义，一骑马，一条枪，力敌四个番将，并无半点惧怯，约斗了一个时辰。 卢俊义的变处，卖个破绽。耶律宗林把刀砍将入来，被卢俊义大喝一声，那番将措手不及，这一枪刺下马去。那三个小将军各吃了一惊，皆有惧色，无心恋战，拍马去了。卢俊义下马，拔刀割了耶律林首级，拴在马项下，翻身上马，望南而行。又撞见一伙辽兵。 约有一千余人，被卢俊义又撞杀入去，辽兵四散奔走。再行不到数里，又撞见一彪军马。此夜月黑，不便是何处的人马，只听得语音，却是宋朝人说话。卢俊义便问：“来军是谁？”却是呼延灼答应。卢俊义大喜，合兵一处。呼延灼道：“被辽兵冲散，不能救应。” 小将撞开阵势，和韩涛、彭王戟直杀到此。不知诸将如何？卢俊义又说：“立敌四将，被我杀了一个，三个走了。伺后又撞着一千余人，亦被我杀散。来到这里，不想迎着将军，两个并马，带着从人，望南而行。不过十数里路，前面早有军马拦路。” 呼延灼道：“黑夜怎地厮杀？待天明决一死战。”对阵听的，便问道：“来者莫非呼延灼将军？”呼延灼认的声音是大刀关胜，便叫道：“卢头领在此！”众头领都下马，且来草地上坐下。卢俊义、呼延灼说了本身之事。关胜道：“阵前失利，你我不相救应，我和宣赞。” 郝思文、单延邦、魏定国五骑马寻条路走，然后收拾的军兵一千余人来到这里，不识地理，只在此伏路，待天明却行。不想撞着哥哥，合兵一处。众人挨到天晓，以礼望南再行，将刺到玉田县，见一彪人马少路，看时却是双枪将董平。 金枪手徐宁弟兄们都扎在玉田县中，辽兵进行赶散，说道：“侯建、白胜两个去报宋公明，只不见了谢珍、谢宝、杨林、石勇。”卢俊义叫且进兵在玉田县内检点众将军校，不见了五千余人，心中烦恼。四排十分，有人报道：“谢珍、谢宝、杨林。” 石勇将领二千余人来了。卢俊义又唤来问时，谢真道：“俺四个倒撞过去了，深入重地，迷踪失路，急切不敢回转。今早又撞见辽兵，大杀一场，方才到的这里。”卢俊义叫将耶律宗林首级于玉田县号令抚育三军百姓。未到黄昏前后，军士们正要收拾安歇。 只见福禄小校来报道，辽兵不知多少，四面把线围了。卢俊义听得大惊，引了燕青上城看时，远近火把有十里厚薄。一个小将军当先指点，正是耶律宗云，骑着一匹烈马，在火把中间摧残三军。燕青道：“昨日张清中他一冷箭，今日回礼则个。”燕青取出弩子。 一箭射去，正中翻江鼻凹，翻将落马。众兵急救时，宗云已自伤闷不醒。番军早退五里。卢俊义、线中与众将商议：虽然放了一冷箭，辽兵稍退，天明必来攻。韦果的铁桶相似，怎生救解？朱武道：“宋公明若得知这个消息，必然来救，里应外合，方可免难。” 众人挨到天明，望见辽兵四面摆的无缝。只见东南上尘土起，兵马数万人而来。众将皆望南兵。朱武道：“此必是宋公明军马到了。等他收军，其望南杀去。这里尽数起兵，随后一演。”且说对阵辽兵，从陈时直围到魏牌，正待困倦，却被宋将军马杀来。 抵挡不住，尽数收拾都去。朱武道：“不就这里追赶，更待何时？”卢俊义当即传令，开县四门，禁领军马出城追杀。辽兵大败，杀得星落云散，七断八续，辽兵四散败走。宋江赶的辽兵去远，到天明明金收军，进玉田县。卢先锋合兵一处，诉说攻打冀州。 留下柴进、李英、李俊、张衡、张顺、阮家三弟兄、王矮虎、仪丈青、孙新、顾大嫂、张青、孙二娘、裴宣、萧让、宋清、乐和、安道全、黄甫端、童威、童猛、王定六都随赵书密在潭州守御。其余诸将分作左右二军，宋先锋总领左军人马四十八员，军师吴用。 公孙胜、林冲、花荣、秦明、杨志、朱仝、雷横、刘唐、李逵、鲁智深、武松、杨雄、石秀、黄信、孙立、欧鹏、邓飞、吕方、郭胜、樊瑞、鲍旭、项冲、李衮、穆弘、穆春、孔明、孔亮、燕顺、马林、施恩、薛勇、宋万、杜迁、朱贵、朱富、林震、汤龙。 蔡甫、蔡庆、戴宗、蒋敬、金大坚、段景柱、石谦、郁保寺孟康、卢先锋总领右军人马三十七员，军师朱武、关胜、呼延灼、董平、张清、索超、徐宁、燕青、史进、谢珍、谢宝、韩涛、彭王己宣赞、郝思文、单延邦、魏定国、陈达、杨春、李忠、周通。 陶宗旺、郑天寿、龚旺、丁德孙、邹渊、邹润、李立、李云、焦挺、石勇、侯建、杜兴、曹正、杨林、白胜，分兵一霸，作两路来取冀州。宋先锋引军取平玉县进发，卢俊义引兵取玉田县进发。赵安福与二十三将镇守领州，不在话下。 且说宋江见军士连日辛苦，且叫暂歇。攻打冀州，自有计较了。先使人往潭州问张清见窗如何。神医安道全使人回话道：“虽然外损皮肉，却不伤内，请主将放心。调理的浓水干时，自然无事。”吉木延天，军士多病，已禀过赵枢密相公遣萧让。 宋清前往东京收买药料，就向太医院官支属药，黄甫端亦要官给官局内淡马的药材物料，都为萧让、宋清去了。就报先锋知道。宋江听了，心中颇喜，再与卢先锋计较，先打冀州。宋江道：“我未知你在玉田县受围时，已自先商量下计了。有公孙胜元是冀州人。” 杨雄亦曾在那府里做节级，石秀、石谦亦在那里住的久远。前日杀退辽兵，我叫石谦、石秀也只做败残军马砸在里面，必然都投冀州城内驻扎。他两个弱入的城中，自有去处。石谦曾献计道：冀州城有一座大寺，唤叫宝岩寺，廊下有法轮宝藏，中间是大雄宝殿，前有一座宝塔。 直耸云霄。石秀说道：“教他去宝塔顶上躲着，每日饭时我自对付来与他吃。只等城外哥哥军马攻打的紧急时，然后却就宝岩寺塔上放起火来为号。石千子是个惯飞檐走壁的人，那里不躲了身子。临”石秀、林七自去州衙内放火，他两个商量已定，自去了。我这里一面收拾进兵。 由西江月为证，山后辽兵亲境，中原宋帝兴军。水乡取出众天星，奉诏去邪归正。暗地石千放火，更兼石秀同行。等闲打破永平城，千载功勋可敬。次日，宋江引兵撇了平玉县，与卢俊义合兵一处，催起军马，径奔冀州来。 且说玉帝大王自折了两个孩儿，不胜傲恨，便同大将保密圣、天山勇、洞仙侍,侍郎等商议道：“前次涿州、霸州两路救兵，各自分散前去。如今宋江合兵在玉田县，早晚进兵来打冀州，四次怎生奈何？”大将保密圣道：“宋江兵若不来，万事皆休。” 若是那伙蛮,蛮子来时，小将自出去与他相敌。若不活拿他几个，这厮们那里肯退？洞仙侍郎道：“那蛮子队有那个穿绿袍的贯使石子，好生厉害，可以提防他。”天山勇道：“这个蛮子已被俺一弩箭射中咽喉，多是死了也。”洞仙侍郎道：“除了这个蛮子，别的都不打紧。” 正商议间，小校来报：宋江军马杀奔冀州来。玉帝大王连忙整点三军人马，叫保密圣、天山勇火速出城迎敌。离城三十里外，与宋江对敌，各自摆开阵势。翻将保密圣横槊出马，宋江在阵前见了，便问道：“斩将夺旗，乃箭头功。”说犹未了。 只见豹子头林冲便出阵前来，与翻江保密圣大战，两个斗了三十余合，不分胜败。林冲要见头功，持丈八蛇矛，斗到肩身里，豹雷也似大叫一声，拨过长枪，用蛇矛去保密圣脖项上刺中一矛，硕下马去。宋江大喜，两军发喊，翻将天山勇剑刺了保密圣，横枪便出。 宋江镇里，徐宁挺钩连枪直迎将来，二马相交，斗不到二十来合，被徐宁手起一枪，把天山勇朔于马下。宋江见连赢了二将，心中大喜，催军混战，辽兵大败，往冀州奔走。宋江军马赶了十数里，收兵回来。当日，宋江扎下营寨，赏劳三军。次日，传令。 把寨都起，直抵冀州。第三日，玉帝大王见折了二员大将，十分惊慌。又见报道宋军到了，忙与洞仙侍郎道：“你可引这支军马出城迎敌，替俺分忧也好。”洞仙侍郎不敢不依，只得引了咬儿、为康、楚明玉、曹明济，领起一千军马，就城下摆开。宋将军马渐进城边。 燕翅般排将来，门旗开处，索超横担大斧出马阵前。番兵队里，咬儿维康便抢出阵来，两个并不打话，二将相交，斗到二十余合。番江中士胆怯，无心恋战，只得要走。索超纵马赶上，双手抡起大斧，去着番江脑门上，比将下来，把这咬儿维康脑袋。 劈作两半个，洞仙侍郎见了，慌忙叫楚明玉、曹明记快去策应。这两个已自八分胆怯，因吃逼不过，只得挺起手中枪向前出战。宋将军中九纹龙史进见番军中二将双出，便舞刀拍马，直取二将。史进逞起英雄，手起刀落，先将楚明玉砍于马下。 这曹明济急待要走，史进赶上一刀，也砍于马下。史进纵马杀入辽军阵内，宋江见了，鞭梢一指，驱兵大进，直杀到吊桥边。耶律的重见了，月天愁闷，便叫紧闭城门，各将上城紧守。一面深奏狼主，一面差人往霸州、幽州求救。且说宋江与吴用计道。 似此城中紧守，如何摆布？吴用道：“既城中已有石秀、石谦在里面，如何耽搁的长远？教四面竖起云梯炮架，即便攻城。在焦陵镇将火炮四下里施放，打将入去，攻击的紧，其城必破。”宋江即便传令，四面连夜攻城。再说玉帝大王见宋兵四下里攻击的紧。 进去冀州，在城百姓上城守护。当下石秀在城中宝岩寺内守了多日，不见动静。只见石迁来报道，城外哥哥军马打的城子紧。我们不就这里放火，更待何时？石秀见说了，便和石迁商议，先从宝塔上放起一把火来，然后去佛殿上烧着。石迁道：“你快去州衙内放火。” 在南门要紧的去处，火着起来。外面见了，定然加力攻城，愁他不破。两个商量了，都自有引火的药头、火刀、火石、火筒、烟煤，藏在身边。当日晚来，宋将军马打成甚紧。却说时迁，他是个飞檐走壁的人，跳墙越城，如登平地。当时先去宝岩寺塔上点起一把火来。 那宝塔最高，火起时，城里城外那里不看见，火光照的三十余里远近，似火钻一般。然后却来佛殿上放火，那两把火起，城中鼎沸起来，百姓人民家家老幼慌忙，户户啼女哭，大小逃生。石秀直爬去冀州衙门厅屋上博风板里点起火来。 冀州城中见三处火起，知有细作。百姓那里有心守护城池，已都阻挡不住，各自逃归看家。没多时，出门里又一把火起，却是十千出宝岩寺来，又放了一把火。那玉帝大王见了城中无半个更次，四五路火起，直送将有人在城里，慌慌急急收拾军马。 带了老小并两个孩儿，装在上车，开了北门便走。宋江见城中军马慌乱，催促军兵卷杀入城。城里城外喊杀连天，早夺了南门。洞仙侍郎见寡不敌众，只得跟随玉帝大王投北门而走。宋江引大队军马入冀州城来，便传下将令，先叫救灭了四边烽火。天明出榜。 安抚冀州百姓，将三军人马尽数收入冀州屯驻，赏劳三军诸将。功绩簿上标写石秀十千公次，便水行文书，身赴赵安抚，知道得了冀州大郡，请相公前来驻扎。赵安抚回文书来说道：“我在潭州全且屯扎，叫宋先锋且守住冀州，即目鼹鼠。 天气喧热，未可动兵。待到天气微凉，再作计议。宋江得了回文，便教卢俊义分领袁波军将于玉田县屯扎，其余大队军兵守住冀州。待到天气微凉，别行听调。却说玉帝大王耶律德重与洞仙侍,侍郎将带老小奔回幽州，直至燕京来见大辽郎主。 且说辽国郎主，升坐金殿，聚集文武两班臣僚，朝餐已毕。有和门大使奏道：“冀州玉帝大王回至门下。”郎主闻奏，忙叫宣召，宣旨殿下。那耶律的众与洞仙侍,侍郎俯伏御阶之下，放声大哭。郎主道：“俺的爱弟，且休烦恼。有甚事务，当以尽情奏之寡人。” 那耶律的重奏道：“宋朝童子皇帝差调宋江领兵前来征讨，军马势大，难以抵敌。送了臣的两个孩儿，杀了潭州四员大将，宋军席卷而来，又失陷了冀州。特来殿前请死。”大辽国主听了，传圣旨道：“清且起来，俺的这里好生商议。”狼主道：“引兵的那蛮子是甚人？” 这等喽啰，颁布中又丞相太师楚肩出班奏道：“臣闻宋江这伙原是梁山坡水浒寨草寇，却不肯杀害良民，专一替天行道，只杀滥官污吏、诈害百姓的人。后来童贯、高俅引兵前去收捕，被宋江执武阵杀得片甲不回。他这伙好汉剿捕他不得。” 童子皇帝前使三番降诏去招安，他后来都投降了，只把宋江封为先锋使，又不曾实授官职，其余都是白身人。今日拆将他来，便和俺们厮杀。他倒有一百八人，应天上星宿。这活人好生了得，狼主休要小去了他。狼主道：“你这等话说时，嫩弟怎生是好？” 颁布从中转出一员官，乃是欧阳侍郎，一袍服的，向简当兄奏道：“郎主万岁！臣虽不才，愿献小计，可退宋兵。”郎主大喜道：“你既有好的见识，当下便说。”欧阳侍郎言无数句，话不一席，有份叫宋江名标青史，是在丹书，正是护国谋臣，七吕望。 顺天宫就在张良，毕竟欧阳侍郎奏出甚事来，且听下回分解。第八十五回，宋公明夜渡义金关，吴学究智取文安县。话说当下，欧阳侍郎奏道：“宋江这伙都是梁山坡英雄好汉，如今宋朝童子皇帝被蔡京、童贯、高俅、杨戬四个贼臣弄权，嫉贤妒能，闭塞贤路。” 非亲不近，非才不用。酒后如何容的他们？论臣于义，郎主可加官爵，重赐金帛，多赏累求肥马。臣愿为使臣，说他来降俺大辽国。郎主若得这伙军马来，去中原如同反掌。臣不敢自专，乞郎主圣见不错。郎主听罢，便道：“你也说的是，你就为使臣。” 将带一百八骑好马，一百八匹好缎子。俺的敕命一道，封宋江为镇国大将军，总领辽兵大元帅，赐予金一提，银一秤，全当信物。叫把众头目的姓名都抄将来，尽数封他官爵。只见颁布中，乌延都统军出来启奏狼主道：“宋江这一伙草贼，招安他作甚？” 放着奴婢手下有二十八宿将军、十一要大将，有的是强兵猛将，怕不赢他？若是这伙蛮子不退喝，奴婢亲自引兵去绞杀这厮。国主道：“你便是了的好汉，如插翅大虫，在天的这火喝，你又加生两翅，你且休得阻挡。”辽主不听乌言之言，再有谁敢多言？ 原来这乌延光都统军，正是辽国第一员上将，使八般武艺，无有不通，兵书战策尽皆熟显。年方三十五六，堂堂一表，凛凛一躯，八尺有余身材，面白唇红，须黄眼碧，威仪猛勇。上阵时，仗条浑铁点钢枪，杀到浓处，不时撤出腰间铁剪，使得铮铮有声。 端地是有万夫不当之勇，且不说屋檐统军建奏，却说那欧阳侍郎领了辽国赤旨，将了许多礼物马匹，上了马，镜投冀州来。宋江正在冀州做养军事，听得辽国有使命志未审来意吉凶，遂取玄女之客，当下一卜，卜得个上上之兆，便与吴用商议道。 封众上上之诏，多是辽国来招安我们，似此如之奈何？吴用道：“若是如此时，正可将计就计，受了他招安，将此冀州与卢仙封管了，却取他霸州。若更得了他霸州，不愁他辽国不破。即今取了他潭州，先去辽国一只左手。此事容易，只是放些先难后易，令他不疑。” 且说那欧阳侍郎已到城下，宋江传令叫开城门，放他进来。欧阳侍郎入到城中，至州衙前下马，直到厅上，叙礼罢，分宾主而坐。宋江便问侍郎来意何干？欧阳侍郎道：“有件小事，上达军听。启平左右。”宋江遂将左右喝退，请进后堂深处说话。 欧阳侍郎至后堂，欠身与宋江道：“俺大辽国久闻将军大名，征奈山遥水远，无由拜见威严。又闻将军在梁山大寨替天行道，众弟兄同心协力。今日宋朝奸臣们闭塞贤路，有金箔投于门下者，便得高官重用；无贿赂投于门下者，总有大功于国，空被尘埋，不得升赏。” 如此，奸党弄权，谗佞侥幸，嫉贤妒能，赏罚不明，以致天下大乱。江南两浙、山东、河北，盗贼并起，草寇猖狂，良民受其涂炭，不得聊生。金将军统十万精兵，赤心归顺，只得先锋之职，又无声受品爵。众弟兄屈劳报国，具个白身之事。 遂命引兵直抵沙漠，受此劳苦，与国建功，朝廷又无恩赐，此皆奸臣之计。若沿途掳掠,掠金珠宝贝，令人馈送浸润，与蔡京、童贯、高俅、杨戬四个贼臣可保官爵，恩命励志。若还不肯如此行事，将军纵使赤心报国，建大功勋，回到朝廷反做罪犯。 欧某金奉大辽国主特遣小官姬敕命一道，封将军为辽邦镇国大将军、总领兵马大元帅，赠金一提、银一秤、彩缎一百八匹、名马一百八起便要抄录一百八位头领姓名复国。赵明亲手官爵。飞来又说：“将军，此事国主久闻将军圣德，特遣欧某前来。” 欲请将军、众将同意协心辅助本国。宋江听罢，便答道：“侍郎言之极是。”征奈宋江出身微贱，运城小吏，犯罪在逃，全居梁山水泊避难逃灾。宋天子三番降诏赦罪招安，虽然官小职微，一本未曾立德功绩，以报朝廷赦罪之恩。 金蒙狼主赐我以后爵，赠之以重赏。然虽如此，未敢拜寿，请侍郎且回。及今入蜀炎热，全令军马停歇，暂且借国王这两个臣子屯兵，守待早晚秋凉，再做商议。欧阳侍郎道：“将军不弃，全且受下辽主金箔，彩缎鞍马，俺回去慢慢的再来说话，未为晚矣。”宋江道。 侍郎不知我等一百八人耳目最多，倘或走透消息，先惹其祸。欧阳侍郎道：“兵权执掌尽在将军手内，谁敢不从？”宋江道：“侍郎不知旧礼，我等弟兄中间多有性直刚勇之士，等我调和端正，众所同心，却慢慢的回话，意为为耻，有失为证。 金箔重驮出冀州，熏风回首不胜羞。辽王若问归降事，云在青山月在楼。于是令被九窑相待，送欧阳侍郎出城上马去了。宋江却请军师吴用商议道：“是来辽国侍郎这一席话如何？”吴用听了，长叹一声，低首不语，肚里沉吟。宋江便问道：“军师何故叹气？” 吴用答道：“我寻思起来，只是兄长以忠义为主，小弟不敢多言。我想欧阳侍郎所说这席话，断的是有理。目今宋朝天子至圣至明，我等三番招安，兄长为尊，只得个先锋虚职。若论我小子于意，弃宋从辽，岂不为圣？只是负了兄长忠义之心。”宋江听罢，便道。 将军差矣！若从辽国，此事切不可提。纵使宋朝负我，我忠心不负宋朝。酒后纵无功赏，也得青史上留名。若背政顺逆，天不容恕。吾辈当尽忠报国，死而后已。吴用道：若是兄长存忠义于心，只就这条计上，可以取他霸州。目今圣属延天。 且当暂停，将养军马。宋江记忆已定，且不与众人说，同众将屯驻冀州，待过暑热。次日，与公孙胜在中军闲话。宋江问道：“久闻先生师父罗真人，乃盛世之高士。前番因打高唐州，要破高廉写法，特地使戴宗、李逵来寻足下，说尊师罗真人术法灵验。” 敢烦贤弟，来日引宋江去法座前焚香参拜，一洗尘俗。未知尊意如何？公孙胜便道：“贫道意欲归望老母，参行本事未见兄长连日屯兵未定，不敢开言。今日欲要禀仁兄，不想兄长要去。来日清晨同往参礼本师，贫道就行省事老母。次日。” 宋江暂委军师，掌管军马，收拾了名香、净果、金珠彩断、彩缎，将带花荣、戴宗、吕方、郭盛、燕顺、马林六个头领。宋江与公孙胜共八骑马，带领五千不卒，取路头九，攻陷二仙山来。宋江等在马上离了冀州，来到山峰深处，但见青松满径，凉气烟烟，鼹鼠全无。 端的好，作佳丽之山。公孙胜在马上道：“有名唤作呼于鼻山。”宋江看那山时，但见四维聂八面玲珑，重重小色映晴霞，粒粒琴声飞瀑布。西涧中树欲飞琼，石壁上堆蓝叠翠。白云洞口紫藤高挂绿罗垂，碧玉峰前丹桂悬崖青漫鸟。 引子：苍原献果，呼群麋鹿衔花；千峰竞秀，夜深白鹤听仙经；万壑争流，风暖幽禽相对语。地僻红尘飞不到，山深车马几曾来？当下，公孙胜同宋江直至子虚关前，众人下马整顿衣襟。小校拖着信箱礼物，进到关礼贺轩前面。 观礼道众见了公孙胜，俱各向前施礼，同来见宋江，亦施礼罢。公孙胜便问：“吾师何在？”道众道：“师傅近日只在后面退居静坐，少曾到关。”公孙胜听了，便和宋公明径投后山退居内来。转进关后，崎岖径路，曲折街曲，行不到一里之间，但见荆棘为篱。 外面都是青松翠柏，篱内尽是瑶草奇花，中有三间雪洞，罗真人在内端坐诵经。童子知有客来，开门相见。公孙胜先进草庵贺轩前礼拜本师已毕，便禀道：“弟子就有山东宋公明，受了招安，今奉敕命，封先锋之职，统兵来破辽鲁，今到冀州。” 特地要来参礼我师，现在此间。罗真人见说，便叫请进。宋江进的草庵，罗真人降阶迎接。宋江再三恳请罗真人坐受拜礼。罗真人道：“将军国家上将，贫道乃山野村夫，何敢当此？”宋江坚意谦让，要礼拜他。罗真人方才肯坐。 宋江先取信香炉中焚，参礼了八拜，便呼花荣等六个头领聚个礼拜一了。罗真人都叫请坐，命童子烹茶献果以罢。罗真人乃曰：“将军上应星魁，外合烈药，一同替天行道。今则归顺宋朝，此清明万载不磨矣。”宋江道：“将乃运城小吏，陶醉上山。” 感谢四方豪杰望风而来，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奔如骨肉，情若骨弓。天垂景象，方在上应天星地曜，汇合一处。金凤诏命统领大兵征进辽国，净设仙境，速生有缘，得意战败。万望真人只迷前程之事，不胜万幸。罗真人道。 蒙将军不弃，折节下问。出家人为俗已久，心如死灰，无可效忠，幸武独过。宋江再拜求教。罗真人道：“将军少坐，当具素斋。天色已晚，就此荒山草踏，全素一宵，来早回马，未知尊意若何？”宋江便道：“宋江正欲我师指教，点悟愚迷。” 安忍便去，随即唤从人拖过金珠彩缎上献罗真人。罗真人乃曰：“贫道僻居野叟，寄行宇内，纵使受此金珠，亦无用处。随身自有布袍遮体，绫锦彩缎亦不曾穿。将军统数万之师，军前赏赐日费浩繁，所赐之首，乞请纳回。”宋江再拜。 望请收纳，罗真人坚持不受，当即贡献素斋。斋罢，又吃了茶。罗真人令公孙胜回家省母，明早却来随将军回城。当晚，留宋江安中闲话。宋江把心腹之事背细告知罗真人，愿求指迷。罗真人道：“将军一点忠义之心。” 与天地君同，神明必相护佑。他日生当封侯，死当庙食，绝无疑虑。只是将军一生命薄，不得全美。宋江告道：“我师，莫非宋江此身不得善终？”罗真人道：“非也，将军亡必正寝，死必归坟。只是所生命薄，为人好处多磨，忧中少乐。” 得意浓时，便当退步，切勿久恋富贵。宋江再告我师，富贵非宋江之意，但愿弟兄常常玩具，虽居贫贱，亦满微心。只求大家安乐。罗真人笑道：“大仙到来，岂容汝等留恋乎？”宋江再拜，求罗真人法语。罗真人命童子取过纸笔，写下八句法语。 度与宋江，那八句说道：“忠心者少，义气者稀。幽燕宫碧，明月虚辉。始逢东暮，鸿雁纷飞。无头楚尾，官路同归。”宋江看毕，不晓其意，再拜恳告：“其我师金口剖决，指引迷愚。”罗真人道：“此乃天机，不可泄露。他日应时，将军自知。” 夜深更静，请将军观内暂宿一宵，来日再会。贫道当年寝寐未曾还的，在御父梦去也。将军勿罪。宋江收了八句法语，藏在身边，辞了罗真人，来关内宿歇。众道众皆至方丈，宿了一宵。次日清晨来参真人。其实公孙胜已到草安里了。 罗真人教被速传斋饭相待，早传已毕。罗真人再与宋江道：“将军在上，贫道一言可禀。这个徒弟公孙胜，本从贫道山中出家，远绝尘俗，正当其理。奈元是一会下星辰，不由他不来。今俗元日短，道恒日长。若今日便留下在此服侍贫道。” 却不见了弟兄往日情分。从今日跟将军去干大功，如奏凯还京，此时相辞，却望将军还放。一者使贫道有传道之人，二乃免其母倚门之望。将军忠义之事，必举忠义之行。未知将军雅意肯纳贫道否？宋江道：“师父法旨，弟子安敢不听。” 矿工孙胜先生与江弟兄去助从他，焉敢阻挡？罗真人同公孙胜都打个起手道：“谢成将军金诺。”当下众人拜辞罗真人。罗真人直送宋江等出安乡别。罗真人道：“将军善加保重，早得见节封侯。”宋江拜别，出到关前，所有乘坐马匹在关中喂养。 从人以千载关外伺候，众道士送宋,宋江等出到关外相别。宋江叫牵马至半山平坦之处，与公孙胜等一同上马，再回冀州。一路无话，早到城中州衙前下马。黑旋风李逵接着说道：“哥哥去望罗真人，怎生不带兄弟去走一遭？”戴宗道：“罗真人说你要杀他。” 好生怪你！李逵道：“他也奈何的，我也勾了。”众人都笑。宋江入进衙内，众人都到后堂。宋江取出罗真人那八句法语，地语无用看详，不晓其意。众人反复看了，亦不省的。公孙胜道：“兄长，此乃天机玄语，不可泄露。收取过了。” 终身受用，修得只顾猜疑。师父法语过后方知，宋江遂从其说，藏于天书之内。自此之后，屯驻军马在冀州一月有余，并无军情之事。至七月半后，潭州诏书密行文书到来，说奉朝廷敕旨催兵出战。宋江接的枢密院中复，便与军师吴用计议，前到玉田县。 何慧、卢俊义等操练军马，整顿军器，分拨人员已定，再回冀州祭祀其道选日出师。闻左右报道，辽国有使来到。宋江出营，却是欧阳侍郎，便请入后堂。序礼已罢，宋江问道：“侍郎来意如何？”欧阳侍郎道：“启退左右。”宋江随即喝散军士。 侍郎乃言：“俺大辽国主好生穆公之德，若蒙将军慨然归顺，肯助大辽，必当间节封侯。权望早成大义，免俺国主玄望之心。”宋江答道：“这里也无外人，亦当尽忠告诉侍郎。不知前番足下来时，众军皆知其意，内中有一半人不肯归顺。” 若是宋江便随侍郎出幽州，朝见郎主时，有副先锋卢俊义欣然引兵追赶。若就那里城下私病，不见了我弟兄们日前的义气，我今先带些心腹之人，不减那座城子，借我躲避。他若引兵赶来，知我下落，那时却好回避他。他若不听，却和他私病也未迟。他若不知我等下落时， 他军马回报东京，欣然别生之节。我等那时朝见狼主，引领大辽军马，却来与他厮杀，未为晚矣。欧阳侍郎听了宋江这一席言语，心中甚喜，便回道：“俺这里紧靠霸州，有两个隘口，一个唤作易经关，两边都是险峻高山，中间只一条驿路；一个是文安县，两面都是恶山，过的关口。” 便是限制，这两座去处是霸州两扇大门。将军若是如此，可往霸州躲避。本州是俺辽国国舅康里定安守把，将军可就那里与国舅同住，却看这里如何。宋江道：“若得如此，宋江星夜使人回家搬取老父，以绝根本。”侍郎可暗的使人来引宋江去。 只如此说，今夜我等收拾也。欧阳侍郎大喜，别了宋江，上马去了。有诗为证：“国事从胡志可伤，常山骂贼姓名香。宋江若肯降辽国，何似梁山做大王？”当日，宋江令人去请卢俊义、吴用、朱武到冀州，一同计议智取霸州之策。下来便见，宋江酌粮已定。 卢俊义领令去了。吴用、朱武按安案安分会众将，如此如此而行。宋江带去人数：林冲、花荣、朱仝、刘唐、穆弘、李逵、樊瑞、鲍旭、项冲、李衮、吕方、郭盛、孔明、孔亮，共计一十五员头领，只带一万来军校，拨定人数，只等欧阳侍郎来到，便行。 望了两日，只见欧阳侍郎飞马而来，对宋江道：“俺郎主知道将军是好心的人，既猛归顺，怕他送兵作甚嘛。俺大辽国有的是好兵好将，强人壮马相助。你既然要取令大人不放心时，且请霸州与国舅作伴，俺却差人去取尉迟。”宋江听了，与侍郎道。 愿去的军将，收拾已完备，几时可行？欧阳侍郎道：“则今夜便行，请将军传令。”宋江随即吩咐下去，都叫马摘栾铃，军卒衔枚疾走，当晚便行。一面管带来使，黄昏左侧开城西门便出。欧阳侍郎引数十骑在前领路，宋江引一支军马随后便行。 约行过二十余里，只见宋江在马上猛然失声叫声：“苦也！”说道：“约下军师吴学究同来归顺大辽，不想来的慌速，不曾等得他来。军马慢行，却快使人取接他来。”当时已是三更左侧，前面已是一经关隘口。欧阳侍郎大喝一声：“开门！”当下把关的军将开放关口。 军马人将尽数渡关，直到霸州。天色将晓，欧阳侍郎请宋江入城，报之国舅康里定安。原来这国舅是大辽郎主皇后亲兄，为人最有权势，更兼胆勇过人。将这两员侍郎守住霸州，一个唤作金福侍郎，一个唤作叶青侍郎。听得报道宋江来降。 便叫军马且在城外下寨，只交为头的宋先锋请进城来。欧阳侍郎便同宋江入城来见定安国舅。国舅见了宋江，一表非俗，便乃降阶而接。请至后堂叙礼罢，请在上座。宋江答道：“国舅乃金枝玉叶，小将是投降之人，怎消受国舅疏礼重待？” 宋江江河报答，定安国舅道：“多听的将军名传环海，威震中原，声名闻于大辽。俺的国主好生慕爱。宋江道：“小将比领国舅的福音，宋江当尽心报作郎主大恩。”定安国舅大喜，忙叫安排庆贺筵宴，一面又叫追牛宰马，赏劳三军。城中选了一所宅子。 教宋江、花荣等安歇，方才叫军马尽数入城屯扎。花荣等众将都来见了国舅等众多藩将，同宋江一处安歇矣了。宋江便请欧阳侍郎吩咐道：“可樊侍郎差人报与把关的军汉，怕有军师吴用来时，吩咐便可教他进关来。我和他一处安歇。昨夜来的仓促，不曾等候的他。” 我一时与足下只顾先来了，正忘了他。军情主事少他不得，更兼军师、文武足备，智谋并优，六韬三略，无有不会。欧阳侍郎听了，随即便传下言语，差人去与易经关、文安县二处把官军将说之，但有一个秀才模样的人，姓吴名用，便可放他过来。 且说文安县得了欧阳侍郎的言语，便差人转出一金关上报之旧里，说与被戏上官来往时，只见尘头蔽日，土雾遮天，有军马奔上关来。把关将士准备擂木炮时，安排对敌。只见山前一骑马上坐着一人，秀才模样，背后一个行脚僧，一个行者。 随后又有数十个百姓都赶上关来，马到关前高声大叫：“我是宋江手下军师吴用，欲带来寻兄长，被宋兵追赶的紧，你可开关救我。”把关将道：“想来正是此人。”随即开关，放入吴学究来。只见那两个行脚僧人，行者也挨入关，关上人当住，那行者早撞在门里了。 和尚便道：“俺两个出家人被军马赶得紧，就咱们择个把关的手定，要推出关去。”那和尚发作，行者焦躁，大叫道：“俺不是出家人，俺是杀人的太岁鲁智深，武松的便是。”花和尚抡起铁禅杖，拦头便打；武行者撤出双龙刀，就便杀人，正如砍瓜切菜一般。 那数十个百姓，便是谢珍、谢宝、李立、李云、杨林、石勇、石谦、段景柱、白胜、玉宝寺这伙人，早奔关里，一发夺了关口。卢俊义引着军兵都赶到关上，一齐杀入文安县来。把关的官员那里迎敌得住？这伙都到文安县取齐却说吴用飞马奔到霸州城下。 守门的藩官报入城来，宋江与欧阳侍郎在城边相接，便交引荐国舅康礼定安。吴用说道：“吴用不合来迟了些个。”正出城来，不想卢俊义知觉，只赶将来，追到关前。小生今入城来，此时不知如何。又见刘兴探马报来说道：“宋兵夺了文安县，军马杀进霸州。” 定安国就便交点兵出城迎敌。宋江道：“未可调兵，等他到城下。”宋江自用好言招抚他，如若不从，却和他私并未迟。只见探马又报将来说：“宋兵离城不远。”定安国就与宋江一齐上城看望，见宋兵整整齐齐都摆列在城下。卢俊义顶盔披甲，跃马横枪。 点军调将，耀武扬威，立马在门旗之下高声大叫道：“只叫反朝廷的宋江出来！”宋江立在城楼下女墙边，指着卢俊义说：“兄弟，所有宋朝赏罚不明，奸臣当道，禅佞专权，我已顺了大辽国主，当可同心，也来帮助我，同扶大辽狼主，不失了梁山许多时相聚之意。”卢俊义大骂。 俺在北京安家乐业，你来赚我上山。宋天子三番降诏招安我们，有何亏负你处？你怎敢的反背朝廷？你那短见无能之人，早出来打话，见个胜败输赢。宋江大怒，喝叫开城门，便差林冲、花荣、朱仝、穆弘嗣将其出，活拿这四。卢俊义一见了四将。 约住军校，跃马横枪，直取四将，全无惧怯。林冲等四将斗了二十余合，拨回马头，往城中便走。卢俊义把枪一招，后面大队军马一起赶杀入来。林冲、花荣站住吊桥，回身再杀，诈败杨叔，又引卢俊义抢入城中。背后三军齐声呐喊。 城中宋江等诸将一齐兵变，接应入城，四方混杀，人人束手，个个归心。定安国舅气得目睁口呆，往至所措，与众等侍郎束手被擒。宋江引军到城中，诸将都至州衙内来参见宋江。宋江传令，先请上定安国舅，并欧阳侍郎、金福侍郎、叶清侍郎，并皆分坐。 以礼相待。宋江道：“汝辽国不知旧礼，看得俺们诧异。我这伙好汉非比孝惧山林之辈，一个个乃是列宿之臣，岂肯被主降辽？只要取汝霸州，特地乘此机会。今已成功，国舅等请回本国，切勿忧疑。俺无杀害之心。但是汝等部下之人。” 并各家老小俱各还本国。霸州城子已属天朝，汝等勿得再来争执。今后刀兵到处，无有再容。宋江号令已了，将城中应有藩官尽数驱遣起身，随从定安国舅都回幽州。宋江一面出榜安民，令副先锋卢俊义将引一半军马回守冀州。 宋江等一半军将守住霸州，差人讥奉军帖飞报赵枢密得了霸州。赵安甫听了大喜，一面写表身走朝廷。且说定安国就与同三个侍郎带领众人归到燕京来见郎主，被戏奏说宋江诈降一事，因此被那伙蛮,蛮子占了霸州。辽主听了大怒，喝骂欧阳侍郎。 都是你这奴婢佞臣往来搬斗，折了俺的霸州紧要城池，教俺燕京如何保守？快与我拿去斩了！班部中转出乌延统军，启奏道：“狼主勿忧，谅这厮何须国主费力？奴婢自有个道理。且免斩欧阳侍郎，若是宋江知的，反被他耻笑。”辽主准奏，射了欧阳侍郎。 无言统军奏道：“奴婢引起部下二十八宿将军、十一要大将前去部下阵势，把这些蛮子一鼓而平收。”说言未绝，颁布中却转出贺统军前来奏道：“狼主不用忧心，奴婢自有个见识。常言道，杀鸡焉用牛刀？那里消的正统军自去，只贺某辽师小计，教这一伙蛮,蛮子死无葬身之地。” 狼主听了，大喜道：“俺的爱卿，愿闻你的妙策。”贺统军其口摇舌说：“这妙计有份叫卢俊义来到一个去处，马无料草，人绝口粮，直叫三军骁勇齐骁破，一代英雄也皱眉。毕竟贺统军道出甚计来？且听下回分解。”第八十六回：宋公明大战独鹿山。 卢俊义兵显清石欲，话说贺统军姓贺名仲宝，是辽国中兀延统军部下副统军之职，身长一丈，力敌万人，善行妖法，使一口三尖两刃刀。现今守住幽州，就行提督诸路军马。当时贺仲宝奏郎主道：“奴婢这幽州地面有个去处，唤作清食欲。 只一条路入去，四面尽是高山，并无活路。陈波十数骑人马，引这伙蛮,蛮子直入里面，却调军马外面围住。教这厮前无出路，后无退步，必然饿死。乌延统军道：“怎生变得这厮们来？”贺统军道：“他打了俺三个大郡，气满至交，必然想着幽州。” 俺这里分兵去诱引他，他必然乘势来赶，引入陷坑山内，走那里去。乌延统军道：“你的计策怕不济事，必还用俺大兵扑杀。且看你去如何。”当下贺统军辞了国主，带了盔甲刀马，引了一行不从兵卒，回到幽州城内。将军点起，分作三队，一队守住幽州。 二队望霸州、冀州进发，传令已了，便驱前两队军马出城，差两个兄弟前去领兵。大兄弟贺差去打霸州，小兄弟贺云打冀州，都不要赢他，只杨书诈败，引入幽州境界，自有计策。却说宋江守住霸州，有人来报，辽兵侵犯冀州，恐有疏失，忘掉军兵救护。 宋江道：“既然来打，必须迎敌。就此机会去取幽州。宋江留下些少军马守定霸州，其余大队军兵拔寨都起，引军前去冀州，会合卢俊义军马，约日进兵。”且说翻江贺差引兵霸州来，宋江正调军马出来，却好半路里接着，不曾斗得三合，贺差引军败走。 宋江不去追赶，却说贺云去打冀州，正迎着呼延灼，不战自退。宋江会和卢俊义一同上帐，商议攻取幽州之策。吴用、朱武便道：“幽州分兵两路而来，此心是诱引之计，且未可行。”卢俊义道：“军师错矣。那四连输了数次，如何是诱敌之计？当取不取？” 过后难取，不就这里去取幽州，更待何时？宋江道：“这厮势穷力尽，有何良策可施？正好乘此机会，遂不从吴用、朱武之言，引兵往幽州便进，将两处军马分作大小三路起行。”只见前军报来说，辽兵在前拦住。 宋江到军前看时，山坡后转出一标造起来。宋江便叫前军摆开人马。只见那番军翻将分作四路，向山坡前摆开。宋江、卢俊义与众将看时，如黑云涌出，千百万人马相似，簇拥着一员番官，横着三尖两刃刀，立马阵前。那番官怎生打扮？但见。 头戴明双鬓铁,铁盔，身披耀日连环甲，足穿抹绿云跟靴，腰系龟背酸泥带，衬着锦绣飞红袍，执着铁杆狼牙棒，手持三尖两刃八环刀，坐上四蹄双翼千里马，前面行军旗上写的分明：大辽副统军贺仲宝，跃马横刀，处于阵前。宋江看了道：“辽国统军。” 必是上将，谁敢出马？说犹未了，大刀关胜舞起青龙偃月刀，纵坐下赤兔马，飞出阵来，也不打话，便与贺统军相并，斗到三十余合，贺统军气力不佳，拨过刀，望本阵便走。关胜骤马追赶，贺统军引了败兵，奔转山坡，宋江便调军马追赶，约有四五十里。 听得四下里战鼓齐响，宋江急叫回军时，山坡左边早撞过一标番军拦路；宋江急分兵迎敌时，右手下又早撞出一支辽兵。前面贺统军乐兵回来加攻，宋江兵马四下救应不迭，被番兵撞作两段。却说卢俊义引兵在后面厮杀时，不见了前面军马。 急寻门路要杀回来，只见斜窝里又撞出番军来厮杀，辽兵喊杀连天，四下里撞击，左右被番军围住，在该心。卢俊义调拨众将，左右冲突，前后卷杀，寻路出去。众将扬威耀武，抖擞精神，正奔四下里厮杀，忽见阴云闭合，黑雾遮天，白昼如夜，不分东西南北。 至一山口，只听得里面人语马嘶，领军赶将入去。只见狂风大作，走石飞沙，对面不见。卢俊义杀到里面，约莫二更前后，方才风静云开，复见一天星斗。众人打一看时，四面尽是高山，左右是悬崖峭壁，只见高山峻岭，无路可登。随行人马，只见徐宁。 索超、韩涛、彭王己、陈达、杨春、周通、李忠、邹渊、邹润、杨林、白胜，大小十二个头领，有五千军马。星光之下，待寻归路，四下高山为匝，不能得出。卢俊义道：“军士厮杀了一日，神思困倦，且就这里全歇一宵，暂停战马，明日却寻归路。” 再说宋江正厮杀间，只见黑云四起，走石飞沙，军士对面都不见。随军内却有公孙胜在马上见了，知道此事妖法，几把宝剑在手，就马上作用，口中念念有词，喝声道：“急！”把宝剑指点之处，只见阴云四散，狂风顿息，辽军不战自退。 宋江驱兵杀透重围，退到一座高山，迎着本部军马，且把粮车头尾相衔，全做寨栅。祭典大小头领，余内不见了卢俊义等一十三人，并五千余军马。至天明，宋江便遣呼严灼、林冲、秦明、关胜各带军兵四下里寻了一日，不知些消息，回复宋江。 便取选女客焚香占卜已罢，说道：“大象不妨，只是现在幽阴之处，急切难得出来。”宋江放心不下，遂遣谢珍、谢宝扮作猎户,户，绕山来寻；又差石迁、石勇、段景柱、曹正四下里去打听消息。且说谢珍、谢宝披上虎皮袍了，钢叉指望深山里行。 看看天色向晚，两个行到山中，四边只一望，不见人烟，都是乱山叠嶂。谢珍谢宝又行了几个山头，是夜月色朦胧，远远的望见山畔一点灯光。弟兄两个道：“那里有灯光之处，必是有人家。我两个且寻去讨些饭吃。”望着灯光处，夜开脚步奔将来。 未得一里多路，来到一个去处，傍着树林，破二座三树间草屋下，破壁里闪出灯光来。谢珍，谢宝推开扇门，灯光之下见是个婆婆，年纪六旬之上。弟兄两个放下钢叉，那头便拜。那婆婆道：“我只道是俺孩来家，不想却是客人到此。客人休拜，你是那里的猎户？” 怎生到此？谢真道：“小人原是山东人士，早日是猎户人家，因来此间做些买卖。不想正撞着军马热闹，连连厮杀，以此消折了本钱，无甚生利。弟兄两个只得来山中寻讨些野味养口。谁想不识路径，迷踪人迹，来到这里，投宅上暂宿一宵。” 望老奶奶收留则个。那婆婆道：“自古云，谁人顶着房子走里，我家两个儿也是猎户，敢如今变回来也。客人少坐，我安排些晚饭与你两个吃。谢”谢珍谢宝谢道：“多感老奶奶。”那婆婆入里面去了。弟兄两个却坐在门前。不多时。 只见门外两个扛着一个章子入来，口里叫着：“娘，你在那里？”只见那婆婆出来道：“孩儿，你们回了，且放下章子，与这两位客人私见。”谢真、谢宝慌忙下拜。那两个搭理已罢，便问客人何处，因甚到此。谢真、谢宝便把却才的话再说一遍。 那两个道：“俺祖居在此，俺是刘二兄弟，刘三父是刘一，不幸死了，只有母亲，专靠打猎营生，在此三二十年了。此间路径甚杂，俺们尚有不认的去处。你两个是山东人士，如何到此间讨得一饭吃？你休瞒我，你二位敢不是打猎户吗？”谢真。 谢宝道：“记到这里如何藏的？时诉与兄长，有诗为证：‘峰峦重叠绕周遭，兵陷该心不可逃。二姐欲知皮虎路，故将踪迹混于桥。’”当时谢珍谢宝跪在地下说道：“小人们果是山东猎户，弟兄两个唤作谢珍谢宝。” 在梁山坡跟随宋公明哥哥许多时落草，近来受了招安，随着哥哥来破辽国。前日正与贺统军大战，被他冲散一支军马，不知现在哪里。特差小人弟兄两个来打探消息。那两个弟兄笑道：“你二位既是好汉，且请起，俺只与你路头。你两个且少坐，俺煮一腿獐子肉，暖杯射酒。” 安排，请你二位，没一个羹次煮的肉来。刘二、刘三管带谢珍、谢宝饮酒之间，动问道：“俺们久闻你梁山坡宋公明替天行道，不损良民，直传闻到俺辽国。”谢珍、谢宝道：“俺哥哥以忠义为主，是不扰害善良，单杀滥官酷吏，以强凌弱之人。”那两个道。 俺们只听得说，原来果然如此，尽皆欢喜，便有相爱不舍之情。谢真、谢宝道：“我那支军马有十数个头领，三五千兵卒，正不知下落何处。我想也得好一片的来排陷他。”那两个道：“你不知俺这北边地里，只此间是幽州管辖，有个去处，唤作青石峪。” 只有一条路入去，四面尽是悬崖峻壑的高山。若是填塞了那条入去的路，再也出不来，多定只是陷在那里了。此间别无这般宽阔去处。如今你那宋先锋屯军之处，唤作独鹿山。这山前平坦地面可以厮杀。若山顶上望时，都见四边来的军马。 你若要救那只军马，舍命打开青石峪，方才可以救出。那青石峪必然多有军马截断这条路口。此山柏树极多，唯有青石峪口两株大柏树，最大的好，形如伞盖，四面尽皆望见。那大树边正是峪口，更提防一件：贺统军会行妖法，叫宋先锋破他这一件要紧。谢真。 谢宝得了这言语，拜谢了刘家兄弟两个，连夜回寨来。宋江见了，问道：“你两个打听的些分晓吗？”谢真、谢宝却把刘家弟兄的言语被细说了一遍。宋江大惊，便请军师吴勇商议。正说间，只见小校报道：“段景柱、石勇引将白胜来了。”宋江道。 白胜是与卢先锋同失陷，他此来必是有意。随即唤来帐下问时，段景柱先说：“我和石勇正在高山涧边观望，只见山顶上一个大毡包滚将下来。我两个看时，看看滚到山脚下，却是一团毡山，里面四围裹定，上用绳索紧拴。直到树边看时，里面却是白胜。白胜便道。” 卢头领与小弟等一十三人正厮杀间，只见天昏地暗，日色无光，不辨东南西北。只听得人与马嘶之声，卢头领便叫只顾杀将入去。谁想深入重地，那里尽是四面高山，无迹可出，又无粮草接济，一行人马实是艰难。卢头领差小弟从山顶上滚将下来。 寻路报信，不想正撞着石勇、段景柱二人。望哥哥早发救兵前去接应，迟则诸将必然死了。宋江听罢，连夜点起军马，林谢珍、谢宝围头引路，望着大柏树，便是峪口，传令叫马步军兵并力杀去，勿要杀开峪口。人马行到天明，远远的望见山前两株大柏树。 果然如伞盖。当下谢珍谢宝引着军马杀到山前峪口，贺统军便将军马摆开，两个兄弟争先出战。宋将军将要抢峪口，一齐向前，豹子头林冲飞马先到，正迎着贺差，交马之两合，从肚皮上一枪搠着，把那贺差搠于马下。步军头领见马军先到，赢了。 一发都奔将入去，黑旋风李逵首轮双斧，一路里砍杀辽兵，背后便是混世魔王樊瑞、丧门神鲍旭引着排手向冲、李衮并众多蛮牌直杀入辽兵队里。李逵正迎着贺云，抢到马下，一斧砍断马脚，当时倒了。贺云落马，李逵双斧如飞，连人带马只顾乱剁。 辽兵正拥将来，却被樊瑞、鲍旭两下重牌手撞着。贺统军见折了两个兄弟，便口中念念有词，做起妖法，不知道些什么。只见狂风大起，就地生云，黑暗暗罩住山头，昏惨惨迷河峪口。正作用间，宋军中转过公孙胜来，在马上撤出宝剑来在手。 口中念不过数句，大喝一声道：“急！”只见四面狂风扫退浮云，现出明朗朗一轮红日。马步三军众将向前，舍死并杀辽兵。贺统军见做法不灵，敌军冲突的紧，自舞刀拍马杀过阵来。只见两军一齐混战，宋兵杀的辽军东西逃窜，马军追赶辽兵。 步军便去扒开峪口，原来被辽兵重重叠叠将大块青石填塞住这条出路。步军扒开峪口，杀进青石域内。卢俊义见了宋江军马，皆称惭愧。宋江传令，叫且休赶辽兵，收军回独鹿山。江西被困人马。卢俊义见了宋江，放声大哭道。 若不得仁兄垂救，几丧了兄弟性命。宋江、卢俊义同吴用、公孙胜并马回寨，江西三军解甲暂歇。次日，军师吴学究说道：“可乘此机会，就好取幽州。若得了幽州，辽国之王唾手可待。”宋江便叫卢俊义等一十三人军马，且回冀州全歇。 宋江自领大小诸将军族人等离了独鹿山，前来攻打幽州。贺统军正退回在城中，未折了两个兄弟，心中好生纳闷。又听得探马报道：宋将军马来打幽州，番军越慌。众辽兵上城观望，见东北下一族红旗，西北下一族青旗，两彪军马奔幽州来，急报与贺统军。 贺统军听得大惊，亲自上城来看时，认的是辽国来的旗号，心中大喜。来的红旗军马尽写银字，这支军乃是大辽国驸马太真虚庆，只有五千余人。这一支青旗军马，旗上都是金字，尽插至尾，乃是李金吾大将。原来那个方官正受黄门侍郎左执金吾上将军，姓李，名吉。 呼为李金吾，乃李陵之后，因袭金吾之爵。现在雄州屯扎，部下有一万来军马，侵犯大宋边界，正是此辈。听得辽主折了城子，因此调军前来助战。贺统军见了，使人去报两路军马，且修入城，叫去山背后埋伏暂歇，待我军马出城，一面等宋江兵来，左右掩杀。 贺统军传报已了，遂引军兵出幽州迎敌。宋江诸将已进幽州，吴用便道：若是他闭门不出，便无准备；若是他引兵出城迎敌，必有埋伏。我军可先分兵作三路而进，一路直往幽州进发，迎敌来军；两路如羽翼相似，左右互持。若有埋伏军起。 便叫这两路军去迎敌，宋江便拨掉关胜带宣赞、郝思文领兵在左，再调呼延灼带单廷圭、魏定国领兵在右，各领一万余人，从山后小路慢慢而行。宋江等引大军前来，竟往幽州进发。却说贺统军引兵前来，正迎着宋江军马，两军相对，林冲出马。 与贺统军交战，斗不到五合，贺统军回马便走。宋江追赶，贺统军分兵两路，不入幽州，绕城而走。吴用在马上便叫休赶。说犹未了，左边撞出太真驸马来，已有关胜却好迎住；右边撞出李金吾来，又有呼延灼却好迎住。正来三路军马欲助大战。 杀得尸横遍野，流血成河。贺统军情知辽兵不胜，欲回幽州时，撞过二将，接住便杀，乃是花荣、秦明，死战定贺统军。欲退回西门城边，又撞见双枪将董平，又杀了一阵。转过南门，撞见朱仝，接着又杀一阵。贺统军不敢入城，撞条大路，往北而走。 不敌防，前面撞着镇三山黄信，舞起大刀，直取贺统军。贺统军心慌，措手不及，被黄信一刀正砍在马头上。贺统军弃马而走，不想斜窝里又撞出杨雄、石秀两部军头领上，骑上把贺统军碾翻在肚皮下。宋万挺枪又赶将来，众人只怕争功，坏了义气。 就把贺统军乱枪录死，那队辽兵以自先散，各自逃生。太真驸马见统军队里倒了帅字旗，军校慢散，情之不济，便引了这标红旗军从山背后走了。李金吾正战之间不见这红旗军，料到不济事，也引了这标青旗军往山后退去。宋江见这三路军兵尽皆退了。 大驱人马奔来夺取幽州，不动声色，一鼓而收。来到幽州城内，扎住三军，便出榜安抚百姓。随即差人即往潭州报捷，请赵枢密移兵冀州守把，就取这支水军头领并船只前来幽州听调。却叫副先锋卢俊义分守霸州，前后共得了四个大郡。 赵安府见了来文，大喜，一面深奏朝廷，一面行一计，罢二州之会，再差水军头领收拾进发，准备水陆并进。且说辽主升殿，会集文武方官、左丞相幽西背锦、右丞相太师楚坚、统军大将等众，当庭商议：吉木宋江侵夺边界，占了俺四座大郡，早晚必来侵犯皇城，燕京难保。 贺统军弟兄三个已亡，汝等文武群臣，当国家多事之秋，如何处置？有都统军勿言光奏道：“狼主勿忧，前者奴婢累次只要自去领兵，往往被人阻挡，以致养成贼势，成此大祸。扶起亲将圣旨，任臣选调军马，会合诸楚军兵，刻日兴师，勿要擒获宋江等众。” 恢复原夺城池，郎主准奏，遂赐出明珠虎牌、金印、赤纸、黄钺、白毛朱辽皂盖，尽付与乌延统军。不问金枝玉叶、皇亲国戚，不检是何军马，并听爱卿调遣，速便起兵前去征进。乌延统军领了圣旨、兵符，便下教场，汇集诸多番将，传下将令，调遣诸楚军马前来策应。 却才传令已罢，有统军长子乌延延寿，直至延武亭上禀道：“父亲一面整点大军，孩儿先带数员猛将，会吉泰真驸马、李金吾将军二处军马，先到幽州，杀败这蛮子们八分。待父亲来时，瓮中捉鳖，一股扫清宋兵。不知父亲军意如何？”乌延统军道：“吾儿言见得是。” 余汝突骑五千，精兵二万，就做先锋。即便会同太真驸马李金吾，刻下变形，如有结音，火速飞报。小将军欣然领了号令，整点三军，径奔幽州来。正是万马奔驰天地怕，千军踊跃鬼神愁。毕竟乌眼小将军怎生诺战？且听下回分解。第八十七回。 宋公明大战幽州，呼延灼力擒番江话说当时，乌延延寿引二万余军马，会合了太真驸马李金吾，共领三万五千番军，整顿枪刀弓箭，亦应器械完备，百步起身。早有探子来幽州城里报之宋江，宋江便请军师吴用商议。辽兵累败，今此必选精兵猛将前来厮杀。 当以何策应之？吴用道：“先调兵出城，布下阵势，待辽兵来，慢慢的挑战。他若无能，自然退去。”宋江道：“军师高论至明。”随即调遣军马出城，离城十里，地名方山，地势平坦，靠山傍水，排下九宫八卦阵势。等候间，只见辽兵分作三队而来。 无颜小将军兵马是造旗，太真驸马是红旗，李金吴军是青旗。三军齐到，见宋江摆成阵势。那无颜延寿在父亲手下，曾习得阵法，深知玄妙，便令青红旗二军分在左右，扎下营寨。自去中军竖起云梯，看了宋兵果是九宫八封阵势，下云梯来，冷笑不止。 左右副将问道：“将军何冷笑？”吴言言受道：“量他这个九宫八卦阵，谁不省的？他将此等阵势瞒人，不过俺却惊他则个。令众军擂三通话鼓，竖起将台，就台上用两把好旗招展左右，列成阵势已了。下将台来，上马，令守将哨开阵势，亲到阵前与宋江打话。” 那小将军怎生结束？但见戴一顶三叉如意紫金冠，穿一件蜀锦团花白银铠，足穿四凤鹰嘴抹绿靴，腰系双环龙角黄带，求吃吞手打江边，霜雪才风杀人剑，左悬金画宝雕弓，右插银嵌狼牙箭，十一支画干方天戟，骑一匹铁角枣流马。 无颜言延寿勒马，直到阵前，高声叫道：“你摆九宫八卦阵，待要瞒谁？你却识得俺的阵吗？”宋江听得番，将要斗阵法，叫军中竖起云梯。宋江无用，朱武上云踢关了辽兵阵势，三队相连，左右相顾。朱武早已认得，对宋江道：“此太乙三才阵也。” 宋江留下吴用同朱武在江台上，自下云梯来，上马出到阵前，挺鞭直指辽将，喝道：“亮你这太乙三才阵，何足为奇？”无言小将军道：“你识无阵，看俺变法，教汝不识。”勒马入中军，再上江台，把好奇招展，变成阵势。吴用、朱武在江台上看了。 此乃变作河洛四象阵，使人下云梯来回复宋江知了。屋檐小将摇着头冷笑，再入阵中上江台，把好奇左招右斩，又变成阵势。吴用、朱武在江台上看了，朱武道：“此乃变作循环八卦阵。”再使人报与宋江知道。那小将军在出阵前高声问道。 还能识无阵法否？宋江笑道：“料只是变出循环八卦阵，不足为奇。”小将军听了，心中自忖道：“俺这几个阵势都是秘传来的，不期都被此人识破。宋兵之中必有人物。”无言小将军再入阵中，下马上将台，把好奇招展，左右盘旋，变成个阵势，四边都无门路。 内藏八八六十四队兵马，朱武再上云梯看了，对吴用说道：“此乃是武侯八阵图，藏了首尾，人皆不晓。”便着人请宋公明到阵中上将台看着阵法，休欺负他辽兵。这等阵图皆得传授，此次阵皆从一派传留下来，并无走移。形势太乙三才。 生出河洛四象，四象生出循环八卦，八卦生出八八六十四卦，以变为八阵图。此事循环无比，绝高的阵法。宋江下江台，上战马，直到阵前。小将军朔戟在手，勒马阵前，高声大叫：“能使俺阵否？”宋江喝道：“如小将年幼学浅，如井底之蛙，只知此等阵法。” 以为绝高，亮着藏头八阵图法瞒谁？瞒无大宋小儿也瞒不过。无言小将军道：“你虽是俺阵法，你且排一个奇异的阵势，瞒俺则个。”宋江喝道：“只俺这九宫八卦阵势虽是浅薄，你敢打吗？”小将军大笑道：“量此等小阵有何难哉？你军中修放冷箭。” 看咱打你这个小镇且说乌延小将军便传将令，直叫太真驸马、李金吾各拨一千军，等俺打透阵势，便来策应。传令已罢，众军擂鼓。宋兵已传下将令，叫军中整擂三通战鼓，门旗两开，放打阵的小将入来。那乌延延寿带本部下二十来员牙将，一千披甲马军。 用手掐算，当日属火，不从正南离位上来，带了军马转过右边，从西方对位上荡开白旗，杀入阵内。后面的被弓箭手射住，只有一半军马入的去，其余都回本阵。却说小将军走到镇里，便奔中军。只见中间白荡荡如银墙铁壁，团团围住小将军。那屋檐延寿见了。 惊得面如土色，心中暗想：镇里那得这等城子？便交四边且打通旧路，要杀出阵来。众军回头看时，白茫茫如银海相似，满地只听得水响，不见路径。小将军甚慌，引军杀头南门来，只见千团火块、万缕红霞，就地而滚，并不见一个军马。小将军那里赶出南门。 铲斜里杀头东门来，只见带叶树木、连枝山柴、焦横塞满地下，两边都是鹿角，无路可进。却转过北门来，又见黑气遮天，乌云蔽日，伸手不见掌，如黑暗地狱相似。那乌檐小将军在镇内四门无路可出，心中一道，此必是宋江行持妖法。 休问怎生，只就这里死撞出去。众军得令，齐声呐喊，杀将出来。旁边撞出一员大将，高声喝道：“孺子小将，走那里去？”无言小将军欲待来战，措手不及，脑门上早飞下一边来。那小将军眼明手快，便把方天戟来拦住。只听得双边齐下，早把戟杆折作两段。 急待挣扎，被那将军扑入怀内，轻舒猿臂，款扭狼腰，把这乌眼小将军活捉过去，拦住后军，都喝下马来。众军黑天摸地，不便东西，只得下马受降。拿住小将军的不是别人，正是虎军大将双鞭呼延灼。当时公孙胜在中军做法，见抱捉了小将军，便收了法术。 阵中仍复如旧，青天白日。且说太真驸马并李金吾将军各引兵一千，只等阵中消息，便要来策应，却不想不见动静，不敢杀过来。宋江出阵前，高声喝道：“你那两军不降，更待何时？”乌檐小将已被吾生擒在此，喝令群刀手簇出阵前。李金吾见了，一骑马。 一条枪直赶过来要救屋檐延寿，却又霹雳火秦明正当前部飞起狼牙棍直取李金吾，二马相交，军器并举，两军齐声呐喊。李金吾先自心慌了，手段缓急差迟，被秦明当头一棍，连盔透顶打得粉碎。李金吾下马来，太真驸马见李金吾输了。 引军便回，宋江催兵掩杀，辽兵大败奔走，夺得战马三千余匹。齐辽见己气满川谷，宋江引兵径望燕京进发，直欲长驱席卷，以赴王峰。却说辽兵败残人马逃回辽国，见了乌延统军，并说小将军去打宋兵阵势，被他活捉去了。其余牙将尽皆归降。 李金无意被他那里一棍打死，太真驸马逃得性命，不知去向。无言统军听了大惊，失道：“吾儿自小习学阵法，颇知玄妙。宋江那厮把甚阵势捉了无，儿。”左右道：“只是个九宫八卦阵势，又无甚稀奇。俺这小将军布了四个阵势，都被那蛮子识破了。”临了。 对俺小将军说道：“你使我九宫八卦阵，你敢来打吗？”俺小将军便领了千百骑马军，从西门打将入去，被他强弓硬弩射住，只有一半人马能够入去。不知怎生，被他生擒活捉了。乌延统军道：“亮这个九宫八阵有甚难打？必是被他变了阵势。”众军道：“俺们在江台上望见他阵中。” 队伍不动，旗幡不改。只见上面一派黑云罩定阵中。兀言统军道：“嫩的必是妖术，吾不起军，这厮也来。若不取胜，吾当自刎。谁敢与吾做前部先锋，引兵前去？俺区大队随后便来。”帐前转过二将齐出，某等两个愿为前部。 一个是大辽方官琼腰纳言，一个是燕京骁将信口双名镇远。乌延统军大喜，便道：“你两个小心在意，与吾引一万兵做前部先锋，逢山开路，遇水叠桥。”吾隐大军随后便道：“且不说穷，寇二将起身做先锋开路。”却说乌延统军随即整点本部下十一要大将。 二十八宿将军尽数出征。先说那十一要大将：太阳星玉帝大王耶律的众引兵五千；太阴星天寿公主达里贝引女兵五千；罗木后星皇侄耶律德荣引兵三千；嫉都星皇侄耶律的华引兵三千；紫气星皇侄耶律德忠引兵三千；月背星皇侄耶律德信引兵三千。 东方青帝木星大将止而伏狼，引兵三千；西方太白金星大将乌利可安，引兵三千；南方荧惑火星大将洞仙文荣，引兵三千；北方玄武水星大将曲立出清，引兵三千。中央镇星土星上将都统务颜光，总领各飞马守将五千，镇守中坛。无言统军再点部下那二十八宿将军，角木蛟孙中。 亢金龙张起，低土和流人，防日兔谢武，新月胡培植，维火虎顾永兴，积水豹贾茂，斗木谢萧大官，牛金牛薛雄，女士福于德成，虚日属徐威，威月宴李毅，是火猪祖星，碧水反于成珠纳海，葵木狼郭永昌，娄金狗阿里易卫土至高彪，卯日鸡顺寿高，毕月乌国永泰，子火猴潘毅。 参水员周报：景木暗统李和、鬼金阳王景、刘土张雷春、星日马变君宝、张月禄李富、一火蛇狄胜、枕水饮斑果。那乌延光整点就十一要大将、二十八宿将军，引起大队军马精兵二十余万，倾国而起，奉请狼主御驾亲征，有古风一篇为证。羊角峰玄天地黑。 黄沙漠漠云阴色，契丹冰冻山月摧，万里乾坤皆失色。狂嘶骏马做活儿，月西超岭流星驰。掺枪发光天狗吠，迷离毒雾奔群痴。宝雕弓挽乌龙戟，雪刃双刀映寒日。万片霞光仅待齐，千池荷叶青沾立。胡笳起和天山歌，鼓声震起白骆驼。 藩王左右持秀斧，统军前后挥金戈。秀斧金戈是相亚，打为一路无合价。海清放起红湖愁，豹子明时神鬼怕。幽州城下如沸波，连营列骑精兵多。刚兴天遣出邀请，纷纷素要如雨和。且不说乌延统军兴起大队之师卷地而来，再说先锋穷。 寇二将引一万人马先来进兵，早有细作报与宋江，这场厮杀不小。宋江听了大惊，传下将令，一面叫取卢俊义部下尽数军马，一面又取潭州、冀州就有人员都来听调令，就请赵枢密前来监战，再要水军头目将带水手人员尽数登岸，都到霸州取旗，陆路进发。 水军头领护持赵书密在后而来，应有军马尽在幽州。宋江等接见赵书密，参拜已罢。赵书密道：“将军如此劳神，国之柱石，名传万载。下官回朝于天子前，必当重宝。宋江答道：“无能小将，不足挂齿。上托天子之福，下来元帅虎威，偶成小功。” 非人能也。今有叹息人报来旧礼，闻之辽国兀言统军起二十万军马倾国而来，兴亡胜败决此一战。特请书香另立迎寨于十五里外屯扎，看宋江施犬马之劳，与众弟兄并力向前决此一战。赵书密道：“将军善取方便。”宋江遂辞了赵书密。 与同卢俊义引大兵，转过幽州地面所属永清县界，把军马屯扎下了营寨，聚集诸将头领，上帐同坐，商议军情大事。宋江道：“今次乌颜统军轻引辽兵倾国而来，绝非小可，死生胜负在此一战。汝等众弟兄，皆已努力向前，勿生退悔。” 但得威功，上达朝廷，天子恩赏，必当共享。众皆起身，都道：“兄长之命，谁敢不依？”正商议间，小校报来，有辽国使人下战书来。宋江叫唤至帐下，将书呈上。宋江拆书看了，乃是辽国务延统军帐前先锋使穷，扣二将军统前部兵马，相期来日决战。 宋江就批书尾回示来日决战，教育来时九时放回本寨。此时秋尽冬来，军披重铠，马挂皮甲，尽皆得食。次日五更造饭，平民拔寨，尽数起行。不到四五里，宋兵国与辽兵相迎。遥望造雕旗营里，闪出两员先锋号来，战鼓喧天，门旗开处。 那个穷先锋当先出马，怎生打扮？但见头戴鱼尾卷云鬓铁冠，披挂龙鳞傲霜嵌凤铠，身穿石榴红锦绣罗袍，腰系荔枝七宝黄金带，足穿抹绿鹰嘴金线靴，腰悬链银竹节熟钢鞭，左挂硬弓，右悬长剑，马跨越岭巴山兽，枪翻江搅海龙。 当下那个穷妖纳言横枪跃马立在阵前，宋江在门旗下看了穷先锋如此英雄，便问：“谁与此将交战？”当下九纹龙史进提刀跃马出来与穷将军挑斗，战马相交，军器并举，二将斗三二十合，史进一刀却砍个空，吃了一惊，拨回马望本阵便走。 穷先锋纵马赶来，宋兵阵上，小李广花荣正在宋江背后，见输了史进，便拈起弓搭上箭，把马挨出阵前。去的来马较近，嗖的只一箭，正中穷先锋面门，翻身落马。史进听的背后坠马，豁地回身，附上一刀，结果了穷腰那眼。那寇先锋望见砍了穷先锋，怒从心起。 跃马提枪，直出阵前，高声大骂：“贼将怎敢暗算吾兄？”当有并未持孙立飞马直出，竟来奔寇阵远。军中战鼓喧天，耳畔喊声不绝。那孙立的金枪神出鬼没，寇先锋斗不过二十回合，勒回马便走，不敢回阵，恐怕撞动了阵脚，绕阵东北而走。 孙立正要建功，那里肯放，纵马赶去。寇先锋去得远了，孙立在马上带住枪，左手拈弓，右手取剑，搭上剑，拽满弓，去着寇先锋后心较劲，只一箭。那寇将军听得弓弦响，把身一倒，那支箭却好射到，顺手只一戳，戳了那支箭。孙立见了，暗暗的喝彩。 寇先锋冷笑道：“这厮卖弄弓箭，便把那支箭咬在口里，自把枪戴在了事环上，即把左手取出硬弓，右手就取那支箭，搭上弦，扭过身来，望孙立前心窝里一箭射来。孙立早已偷眼见了，在马上左来右去，那支箭到胸前，把身往后便倒。那支箭从身上飞过去了，这马收勒不住。” 只顾跑来，寇先锋把弓穿在臂上，扭回身，且看孙俪倒在马上。寇先锋想到，必是中了箭。原来孙俪两腿有力，夹住宝凳，倒在马上，故作如此，却不坠下马来。寇先锋乐转马要捉孙俪，两个马头却好相迎着，隔步的丈尺来去。孙俪却跳将起来，大喝一声。 寇先锋吃了一惊，便回道：“你只躲得我剑，须躲不得我枪。”望孙立胸前尽力一枪硕来，孙立挺起胸脯受抬一枪，枪尖到甲略侧一侧，那枪从斜窝里放将过去。那寇将军却扑入怀里来，孙立就手提起腕上虎眼钢鞭，向那寇先锋脑袋上飞将下来，削去了半个天灵骨。 那寇将军做了半世藩官，死于孙立之手，尸骸落于马前。孙立提枪回来阵前，宋江大纵三军，掩杀过对阵来。辽兵无主，东西乱窜，各自逃生。宋江正赶之间，听得前面连珠炮响，宋江便教水军头领先引一支军卒人马把住水口，拆花荣、秦明、吕方。 郭胜骑马上山顶望时，只见该该攘攘番军人马盖地而来，正是鸣笛如雷奔鲁齐，扬尘若雾涌湖兵。毕竟来的番军是何处人马？且听下回分解。第八十八回，严统军阵猎混天象，宋公明梦受玄女法。话说当时宋江在高富处看了辽兵势大，慌忙回马来到本镇。 且叫将军马退回永清县山口屯扎，便就帐中与卢俊义、吴用、公孙胜等商议道：“今日虽是赢了他一阵，损了他两个先锋，我上高阜处观望辽兵，气势浩大，漫天遍地而来，此乃是大队番军人马，来日必用与他大战交锋，恐寡不敌众，如之奈何乎？”吴用道：“古之善用兵者。” 能使寡敌众，西晋谢玄五万人马战退苻坚百万雄兵，先锋何为惧哉？可传令与三军众将来日务要齐辽严整，弓弩上弦，刀剑出鞘，身灾鹿角，紧守营寨，豪欠齐备，军器并施，整顿云梯炮石之类，预先伺候。还指摆九宫八卦阵势，如若他来打阵，依次而起。 纵他有百万之众，安敢冲突？宋江道：“军师之言甚妙。”随即传令已毕，诸将三军进阶听令。五更造饭，平民拔寨都起，前抵昌平县界，即将军马摆开阵势，扎下营寨。前面百列马军，还是虎军大将秦明在前，呼延灼在后，关胜居左，林冲居右，东南索超。 东北徐宁，西南董平，西北杨志，宋江首领中军，其余众将葛一就职。后面步军另作一阵在后，卢俊义、鲁智深、武松三个为主，数万之中都是能征惯战之将，个个摩拳擦掌，准备厮杀。阵势已定，专后番军。不多时，遥望辽兵远远而来。 前面六队番军人马，每队各有五百，左射三队，右射三队，循环往来，其势不定。此六队游兵，又号少路，又号压阵。此后大队盖地来时，前军尽是造起，一带有七座旗门，每门有千匹马，各有一员大将。怎生打扮？头顶黑盔，身披玄甲。 上穿皂袍，坐骑乌马，手中一般军器，正按北方斗牛女婿、威、士、壁。七门之内，总设议员把总上将，按上界北方玄武水星。怎生打扮？头披青丝戏发，黄墨额锦束金箍，身穿突袖皂袍，乌有甲密铺银铠，足跨一匹乌追千里马。 手擎一口黑柄三尖刀，乃是翻江驱力出清，引三千披发黑甲人马，按北辰武器兴军，造旗下军兵不计其数。正是动云截断东方日，黑气平吞北海风。左军尽是青龙旗，一带也有七座旗门，每门有千匹马，各有一员大将，怎生打扮？ 头戴四凤盔，身披柳叶甲，上穿翠色袍，下坐青鬃马，手拿一般军器，正按东方角，抗敌防信尾机。七门之内，总设一员把总大将，按上界东方苍龙木星，怎生打扮？头戴狮子盔，身披酸泥铠，堆翠袖青袍，履金碧玉带。 手中越府金丝杆，身作龙驹玉块青，乃是番将指儿扶狼，引三千青色宝幡人马，按东镇九气星军，青旗下左右围绕军兵不计其数。正四翠色点开黄道路，青霞截断紫云根。右军尽是白虎旗，一带也有七座旗门，每门有千匹马，各有一员大将，怎生打扮？ 头戴水魔盔，身披烂银铠，上穿素罗袍，坐骑雪白马，各拿扶手军器，正按西方魁楼卫、毛弼子参。七门之内，总设一员把总大将，按上界西方贤持金星，怎生打扮？头顶多谋凤翅盔，身披花银双钩甲，腰间玉带迸寒光，撑体素袍飞雪练。 其一匹照夜玉酸泥马，是一只纯钢银枣硕，乃是翻江乌力可安引三千白鹰素骑人马，按西队七骑行军，白旗下前后护御军兵不计其数。正四征驼卷进阴山雪，翻江斜披御警兵，后军尽是飞红旗，一带亦有七座旗门，每门有千匹马，各有一员大将，怎生打扮？ 头戴镶朱红七笠，身披猩猩血染征袍，桃红锁甲现鱼鳞，冲阵龙居民赤兔。哥，俯首军器，正按南方警，鬼刘星、张义镇七门之内，总设一员把总大将，按上界南方朱雀火星，怎生打扮？头顶着绛扣，朱缨灿烂。 身穿绯红袍，嵌色光辉，甲披一片红霞，靴刺数条花缝，腰间宝带红，臂挂硬弓长剑，手持八尺火龙刀，坐骑一匹胭脂马，乃是翻江洞仙文荣，引三千红宝幡人马，按南离三起星军，红旗下朱缨将衣军兵不计其数，正四离宫走，却辨认丁神。 霹雳震开三昧火，阵前左有一队五千猛兵，人马尽是金缕边官，镀金铜甲，飞袍朱缨，火焰红旗，降鞍赤马，簇拥着一员大将，头戴簇芙蓉如意履金冠，身披结连环兽面锁子黄金甲，猩红烈火绣花袍，碧玉嵌金七宝带，使两口日月双刀，骑一匹五明赤马。 乃是辽国玉帝大王耶律德重，正按上界太阳星君。正四金乌拥出扶桑国，火散出离东海洋。阵前又设一队五千女兵，人马尽是银花遍冠、银钩锁甲、素袍素缨、白骑白马、银杆刀枪，簇拥着一员女将，金凤钗对插青丝，红墨额乱铺珠翠。 云间巧衬锦裙，绣袄深龙银甲，小小花靴金镫稳，翩翩翠袖玉边青，持一口七星宝剑，骑一匹银鬃白马，乃是辽国天寿公主达里贝，暗上界太阴星君。正四，玉兔团团,团离海角，冰轮皎皎照瑶台。两对阵中，团团一遭，尽是黄旗簇簇。 均将近骑黄马，都披金甲，趁甲跑起一片黄云，袖包金散半天黄雾。黄军队中有军马大将四员，各领兵三千，分于四角，每角上一员大将，团团守护。东南一员大将，青袍金甲，手持宝枪，坐骑粉青马，立于阵前，岸上借罗日后行军。 乃是辽国皇侄耶律德荣，西南一员大将，紫袍银甲，使一口宝刀，坐骑海流马，立于阵前，按上界祭都星君。乃是辽国皇侄耶律德华，东北一员大将，绿袍银甲，手执方天画戟，坐骑五名黄马，立于阵前，按上界紫气星君。乃是辽国皇侄耶律德中。西北一员大将。 白袍铜甲，手杖七星宝剑，坐骑踢雪乌锥马，立于阵前。按上界越北行军，乃是辽国皇侄耶律的信。皇军阵内簇拥着一员上将，左有执青旗，右有持白钺，前有擎朱幡，后有张灶盖。周回旗号，按二十四气、六十四卦，南辰北斗，飞龙飞虎，飞熊飞豹，名分阴阳左右。 暗河玄机玉衡乾坤混沌之象。那员上将是一只朱红画杆方天戟，粉身打扮，头戴七宝紫金冠，身穿龟背黄金甲，西穿红锦绣花袍，蓝田美玉玲珑带，左旋金化铁胎弓，右带凤翎坐子箭，足穿鹰嘴云跟靴，坐骑铁戟银鬃马，锦雕安稳踏金镫，紫丝江牢半山桥。 腰间挂剑驱翻江，手内挥鞭统大军。这族军马光辉，四边浑如金色。岸上界中宫土星一气天君，乃是辽国都统军大元帅乌延光。黄旗之后，中军是凤辇龙车，前后左右七重剑戟枪刀围绕，九重之内又有三十六对黄金力士推捧车驾。 前有九旗金鞍骏马驾辕，后有八队锦衣卫士随战，辇上中间坐着辽国郎主，头戴冲天唐巾，身穿九龙黄袍，腰系蓝田玉带，足穿朱履朝靴。左右两个大臣，左丞相幽西贝锦，右丞相太师楚坚，各带貂蝉冠，火裙朱服，紫绶金章，像简玉带。 龙床两边，金童玉女执简捧；龙车前后左右两边，簇拥护驾天兵。辽国郎主自按上界北修紫薇大帝总领振兴，左右二丞相按上界左辅右弼星君。正是一天星斗离前卫，万象森罗降世间。有诗为证：素要随一列八方。 更将土德镇中央，胡人从不观天象，何事纷纷独上苍？那辽国藩军百列天阵已定，正如鸡卵之形，似覆盆之状，棋牌四角，枪摆八方，循环无定，进退有则。宋江看见，便叫强弓硬弩射住阵脚，旧中军竖起云梯江台，引吴用、朱武上台观望。 宋江看了，惊讶不已。朱武看了，认的是天阵，便对宋江、吴用道：“此乃是太乙混天象阵也。”宋江问道：“如何攻击？”朱武道：“此天阵变化无穷，机关莫测，不可造次攻打。”宋江道：“若不打得开阵势，如何得他军退？”吴用道：“急切不知他阵内虚实，如何便去打的？” 正商一间，乌延统军在中军传令：今日属金，可插抗金龙张起、牛金牛薛雄、娄金狗阿里义、鬼金羊王景四将，跟随太白金星大将乌力可安离阵攻打宋兵。宋江众将在阵前望见对阵右军七门或开或闭，军中雷响，阵势团团。那引军骑在阵内自东转北。 北转西，西头南。朱武见了，在马上道：“此乃是天盘左旋之下。今日属金，天盘左动，必有兵来。”话说犹未了，五炮齐响，早是对阵涌出军来。中是金星，四下是四速，引动五队军马卷杀过来，势如山倒，力不可挡。宋将军马措手不及，望后急退。 大队压住阵脚，辽兵两面夹攻，宋军大败，急忙退兵回到本寨。辽兵也不追赶。点视军中头领，孔亮伤刀，李云中箭，朱富着炮，石勇着枪，重伤军卒不计其数。随即发付上车去后寨，令安道全医治。宋江教前军下了铁蒺藜，身栽鹿角，坚守寨门。 宋江在中军纳闷，与卢俊义等商议：今日折了一阵，如之奈何？再若不出交战，必来攻打。卢俊义道：“来日这两路军马撞住他那压阵军兵，再调两路军马撞那司正北七门，却叫步军从中间打将入去，且看里面虚实如何。”宋江道：“也是。” 次日，便依卢俊义之言，收拾起寨，前至阵前准备，大开寨门，引本部军马撞退压阵辽兵，大队前进，与辽兵相见。宋江在拆花荣、秦明、董平、杨志在左，林冲、徐宁、索超、朱仝在右，两队军兵来撞造旗七门，果然撞开造旗阵势，杀散造旗人马。 正北七座奇门队伍不整，宋江阵中却转过李逵、樊瑞、鲍旭、向冲、李衮五百排手向前，背后鲁智深、武松、杨雄、石秀、谢真、谢宝将带应有步军头目撞杀入去。混天阵内只听四面炮响，东西两军正面黄旗军撞杀将来，宋江军马。 抵挡不住，转身便走。后面价格不定，大败奔走，退回原寨，几点军时，折其大半。杜迁、宋万又带重伤，余内不见了黑旋风李逵。原来李逵杀的兴起，只顾砍入他阵里去，被他挠勾搭住，活捉去了。宋江在寨中听的，心中纳闷，传令叫先送杜迁。 送万去后寨，令安道全调制，带上马匹，叫千去与黄府端料理。宋江又与吴用等商议，今日又折了李逵，输了这一阵，似此怎生奈何？吴用道：“前日我这里活捉的他那个小将军，是乌延统军的孩儿，正好与他打换。”宋江道：“这番换了，后来倘若折将，何以解救？” 吴用道：“兄长何故执迷？且顾眼下。说犹未了，小校来报，有辽江前使到来打话。宋江唤入中军，那番官来与宋江私见，说道：‘俺奉元帅将令，今日拿的你的一个头目，到俺总兵面前不肯杀害，好生与他酒肉管待在那里。统军要送来与你，换他孩儿小将军还他。’” 如是，将军肯时，便送那个头目来还。宋江道：“既是嫩弟，俺明日取小将军来到阵前，两相交换。”番官领了宋江言语，上马去了。宋江再与吴用商议道：“我等无计破他阵势，不若取将小将军来，就这里谢和这阵，两边各自霸占。”吴用道：“且将军马暂歇，别生良策。” 再来破敌，未为晚矣。道小差人，星夜去取乌岩小将军来，也差个人直往乌岩统军处说之就理。且说乌岩统军正在帐中坐地，小军来报：宋先锋使人来打话。统军传令，叫唤入来。到帐前见了乌岩统军，说道：“俺的宋先锋拜一统军麾下。” 今送小将军回来，换俺这个头目。即今天气严寒，军士劳苦，两边全且罢战，带来春别做商议，拒免人马冻伤。请统军将令。乌延统军听了，大喝道：“吾志如子被辱生擒，纵使得活，有何面目见咱？不用相唤，便拿下，替俺斩了。” 若要霸占全些，教你宋江术后来降，免辱一死。若不如此，吾引大兵一道，寸草不留。大喝一声，退去。使者飞马回寨，将这话诉与宋江。宋江慌速，只怕救不得李逵，拔寨便起，带了乌眼小将军，直抵前军。隔阵大叫：“可放过俺的头目来！” 我还你小将军，不霸战不防，自与你对阵厮杀。只见辽兵阵中无疑时，把李逵一骑马送出阵前来，这里也牵一匹马送武延小将军出阵去。两家如此一言为定，两边一齐同收同入。李将军回寨，小将军也骑马过去了。当日两边都不厮杀，宋江退兵回寨。 且与李逵贺喜。宋江在帐中与诸将相议道：“辽兵势大，无计可破，使我忧煎，度日如年，怎生奈何？”呼延灼道：“我等来日可分十队军马，两路去当压阵军兵，八路一齐撞击，决此一战。”宋江道：“全靠你等众弟兄同心勉力，来日必行。”吴用道：“两番撞击不动。” 不如守等他来交战。宋江道：“等他来也不是良法，只是众弟兄当以力敌，岂有连败之理？”当日传令，次早拔寨起军，分作十队，飞抢前去。两路先截住后背压阵兵，八路军马更不打话，呐喊摇旗，撞入混天阵去。听得里面雷声高举，四七二十八门一齐分开。 变作一字长蛇之阵，便杀出来。宋江军马措手不及，急令回军大败而走，骑枪不整，筋骨偏斜，速退回来，盗得本寨。余路损折军马数多。宋江传令，教军将紧守山口寨栅，深掘壕堑，牢栽鹿角，坚壁不出，且过冬寒。 却说副枢密赵安甫累次申达文书赴京奏请索取一敖等件，因此朝廷特差御前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正受郑州团练使，姓王，双名文武。此人文武双全，满朝亲近，将带京师一万余人，起差民夫车辆押运一敖五十万里，前赴宋先锋军前交割，就行崔病军将向前交战。 早奏凯歌，无德为慢，取罪不变。王文斌领了圣旨文书，将带随行军器、拴束一甲鞍马，催散人夫军马，起运车仗，出东京望尘乔驿进发。肩压着一二百辆车子，上插黄旗，书御赐医药，以礼前进。经过去处，自有官司供给口粮。在路飞则一日，来到边庭。 参见了赵枢密，呈上中书省公文。赵安甫看了大喜，道：“将军来的正好。目金宋先锋被辽国乌延统军把兵马摆成混天阵势，连输了数阵，头目人等重伤者多。现今发在此间将养，令安道全医治。宋先锋扎寨,寨在永清县地方，并不敢出战，好生纳闷。”王文斌禀道。 朝廷因此就差某来催病军事向前，早要取胜。今日既然累败，王某回京，见省院官难以回奏。文斌不才，自幼颇读兵书，略晓些阵法，就到军前略施小策，愿决一阵，与宋先锋分忧。未知书相君命若何？赵枢密大喜，置酒宴赏。 就军中犒劳押车人夫，就教王文斌转运一敖姐夫宋将军钱给散。赵安府先使人报知宋先锋去了。且说宋江在军帐中纳闷，闻知诏书密使人来，转报东京岔教头郑州团练使王文斌押送一敖五十万领，就来军前催并进兵。宋江差人接至寨中下马，请入帐内把酒接风。 数杯酒后，询问缘由。宋江道：“宋某自蒙朝廷差遣到边，上托天子洪福，得了四个大郡。今到幽州，不想被番邦兀言统军设此混天象阵，兵屯二十万，整整齐齐，按周天星象，请起郎主御驾亲征。宋江连败数阵，无计可施，屯驻不敢轻动。金姓的将军降临。” 愿赐指教。王文斌道：“亮这个混天阵何足为奇？王某不才，同到军前一观，别有主见。”宋江大喜，先令裴宣且将衣袄给散军将，众人穿罢，望南谢恩。当日中军置酒，殷勤管待，就行赏劳三军。来日结束五军都起。王文斌取过带来的头盔一甲。 全副披挂上马，都到阵前对阵辽兵。望见宋兵出战，报入中军。金鼓齐鸣，喊声大举，六队战马哨出阵来。宋江分兵杀退。王文斌上江台亲自看一回，下云梯来说道：“这个阵势也只如常，不见有甚惊人之处。”不想王文斌自己不识，且图诈人要玉。 便叫前军擂鼓诺战，对阵番军也倭鼓鸣金。宋江立马大喝道：“不要狐朋狗党赶出来挑战吗？”说犹未了，黑旗队里第四座门内飞出一将，那番官披头散发，黄罗墨额，趁着金箍乌油铠甲、秃袖皂袍、骑匹乌锥马，挺三尖刀，直临阵前，背后牙将不计其数。 引军造旗，上书“银”字大将，驱力出清，跃马阵前诺战。王文斌寻思道：“我不就这里扬本事，在于何处失成？”便挺枪跃马出阵，与番官更不打话，骤马相交。王文斌挺枪便搠，番将舞刀来迎，斗不到二十余合，番将回身便走。王文斌见了，便骤马飞枪，直赶将去。 原来翻江不输，特地要卖个破绽，露他来赶。翻江抡起刀，去着王文斌较劲，翻身被砍一刀，把王文斌连肩和胸脯砍作两段，死于马下。宋江见了，急叫收军。那辽兵撞眼过来，又折了一阵，慌慌忙忙收拾还债。众多军将看见，立马斩了王文斌。 面面思去，俱个骇然。宋江回到寨中，动止文书，身负赵书密说：王文斌自愿出战，身死，发付带来人半回京。赵书密听知此事，辗转忧闷，甚是烦恼，只得写了申城奏本，官会省院，打发来的人办回京去了。有诗为证：赵括图能读赋书，文斌允命又何余？ 平时夸口千人有，临阵成功一个无。且说宋江自在寨中纳闷，百般寻思，无计可施，怎生破的辽兵？寝食俱废，梦寐不安。是夜严冬，天气甚冷，宋江闭上帐房，秉烛沉吟，闷坐，施以二鼓，神思困倦，何一印机而卧？觉到寨中，狂风呼起。 冷气侵人。宋江起身，见一青衣女童向前打个旗手，宋江便问：“童子自何而来？”童子答曰：“小童奉娘娘法旨，有请将军，便凡一步。”宋江道：“娘娘现在何处？”童子指道：“离此间不远。”宋江遂随童子出的帐房，但见上下天光一色。 金碧交加，香风细细，瑞霭飘飘，有如二三月间天气。行不过三二里多路，见座大林，青松茂盛，翠柏森然，紫桂亭亭，石兰隐隐。两边都是茂林修竹，垂柳夭桃，曲折栏杆。转过石桥，朱红菱星门一座，仰观四面，萧墙粉壁，画栋雕梁，金锭朱户，碧瓦重檐。 四边连卷虾须，正面窗横龟背。女童引宋江从左廊下而进，到东巷一个格子前，推开朱户，叫宋江里面少坐。举目望时，四面云窗寂静，霞彩满街，天华缤纷，异香缭绕。童子进去，复又出来，传旨道：“娘娘有请，星主便行。”宋江座位暖席，及时起身。 又见外面两个仙女入来，头戴芙蓉碧玉冠，身穿金缕绛绡衣，与宋江失礼。宋江不敢仰视。那两个仙女道：“将军何故作谦？”娘娘更衣便出，请将军议论国家大事，便请同行。宋江为然而行，听得殿上金钟声响，欲请英明。青衣迎请宋江上殿。 二仙女前进，引宋江自东街而上，行至珠帘之前。宋江只听得帘内叮隐隐玉腔腔，玉佩锵锵。青衣请宋江入帘内，跪在香案之前，举目观望殿上祥云霭霭，紫雾腾腾。正面九龙床上坐着九天玄女娘娘，头戴九龙飞凤冠，身穿七宝龙凤将萧衣。 腰系山河日月裙，足穿云霞珍珠履，手执无瑕白玉邦章。两边侍从女仙约有三二十个。玄女娘娘与宋江曰：“吾传天书于汝，不觉又早数年矣。汝能忠义坚守，未尝少待。今宋天子令汝破辽，胜负如何？”宋江俯伏在地，拜奏曰。 臣自得蒙娘娘赐予天书，未尝轻慢泄露于人。今奉天子敕命破辽，不期被乌延统军设此混天象阵，累败数次，臣无计可施，正在危急之际。玄女娘娘曰：“汝知混天象阵法否？”宋江在拜奏道：“臣乃下土愚人，不晓其法，望启娘娘赐教。” 玄女娘娘曰：“此阵之法，聚阳象也。值此攻打，永不能破。若欲要破，须取相生相克之理。且如前面造旗军马内设水星，按上界北方武器沉星。你宋兵中可选大将七员，黄旗黄甲，黄衣黄马，撞破辽兵造旗七门。续后命猛将一员。” 身披黄袍，直取水星，此乃土克水之意也。却以白袍军马选将八员，打透他左边轻旗军阵，此用金克木之意也。却以红袍军马选将八员，打透他右边白旗军阵，此乃火克金之意也。却以灶旗军马选将八员，打透他后军红旗军阵。 此乃水克火之意也，却命一支轻旗军马，选将九员，直取中央黄旗军阵主将。此乃木克土之意也。再选两支军马，命一支绣旗花袍军马，扮作罗日后，独破辽兵太阳军阵；命一支素旗银甲军马，扮作季都，直破辽兵太阴军阵。再造二十四部雷车。 按二十四气，上放火石火炮，直推入辽兵中军。令公孙胜不起风雷天罡正法，竟奔入辽主驾前。可行此计，足取全胜。日间不可行兵，须是夜黑可进。汝当亲自领兵，掌握中军，催动人马，一鼓成功。吾之所言，汝当密授，保国安民，勿生退悔。 天凡有限，从此永别。他日琼楼金阙，别当重会。汝一素还，不可久留。特命青衣献茶。宋江吃罢，令青衣即送星主还债。宋江再拜，恳谢娘娘，出离殿庭。青衣前引宋江下殿，从西街而出，转过灵星红门，再登旧路。 才过石桥松径，青衣用手指，辽兵在那里，汝当破之。宋江回顾，青衣用手一推，猛然惊觉，就帐中做了一梦。静听军中更鼓，已打四更。宋江便叫请军师圆梦。吴用来到中军帐内，宋江道：“军师有计破混天阵否？”吴学究道：“未有良策可施。”宋江道。 我以孟玄女娘娘传语秘诀，寻思定了，特请军师商议，可以汇集诸将，奋拨行事。正是洞达天机是妙策，摆开星斗破迷关。毕竟宋江怎生打阵？且听下回分解。第八十九回，宋公明破阵成功，宿太尉颁恩降诏。话说当下，宋江梦中受的九天玄女之法。 不忘一句，便请军师吴用记定了。申禀诏书密，寨中合造雷车二十四部，都用画板铁叶定成，下装油柴，上安火炮，连更小夜催并完成。商议打阵，汇集诸将人马。宋江传令，各个分派，便点按中央兀吉土黄袍军马，占辽国水星阵内。 差大将一员，双枪将董平，左右撞破造旗军七门；差副将七员：朱仝、史进、欧鹏、邓飞、燕顺、马林、穆春。再点按西方更新金白袍军马，占辽国木星阵内。差大将一员，豹子头林冲，左右撞破轻旗军七门；差副将七员：徐宁、穆弘、黄信、孙立、杨春、陈达。 杨林，再点按南方丙丁火红袍军马，战辽国金星阵内，插大将一员霹雳火秦明，左右撞破白旗军七门，插副将七员刘唐、雷横、丹亭邦、魏定国、周通、公望、丁德顺。再点按北方人癸水黑袍军马，战辽国火星阵内，插大将一员双鞭呼延灼，左右撞破红旗军七门。 差副将七员：杨志、索超、韩涛、彭王己、孔明、邹渊、邹润。再点按东方甲乙木青袍军马，占辽国土星主将阵内，插大将一员，大刀关胜。左右撞破中军黄旗主阵人马，差副将八员：花荣、张清、李英、柴进、宣赞、郝思文、施恩、薛勇。 再差一支绣旗花袍军，打辽国太阳左军阵内，差大将七员：鲁智深、武松、杨雄、石秀、焦挺、汤隆、蔡福。再差一支素袍银甲军，打辽国太阴右军阵中，差大将七员：扈三娘、顾大嫂、孙二娘、王英、孙新、张青、蔡庆。再差打中军一支汉勇人马。 执勤辽主差大将六员：卢俊义、燕青、吕方、郭盛、谢真、谢宝。再遣护送雷车至中军大将五员：李逵、樊瑞、鲍旭、项冲、李衮。其余水军头领并应有人员进到阵前协助破阵。阵前还立五方旗帜八面，奋波人员仍排九宫八卦阵势。 宋江传令已罢，众将各个遵依，一面攒造雷车已了，装在法物，推到阵前。正是既旧经天地，谋城破鬼神。且说乌延统军连日见宋江不出交战，差遣压阵军马，直哨到宋江寨前。宋江连日制造完备，选定日期，是晚起身来与辽兵相接。 一字儿摆开阵势，前面进把强弓硬弩射住阵脚，只待天色傍晚。黄昏左侧，只见朔风凛凛，彤云密布，照和天地未晚先黑。宋江叫众军人等断芦为敌，先于口中呼哨为号。当夜先分出四路兵去，只留黄袍军摆在阵前。这分出四路军马。 赶杀少鲁番军，绕阵脚而走，杀头北去。出更左侧，宋将军中连珠炮响，呼延灼打开阵门，杀入后军，直取火星。关胜随即杀入中军，直取土星主将。林冲引军杀入左军阵内，直取木星。秦明领军撞入右军阵内，直取金星。 董平便调军攻打头阵，直取水星。公孙胜在军中伏剑作法，踏罡步斗，赤起五雷。是夜南风大作，吹得树梢垂地，走石飞沙。一起点起二十四部雷车。李逵、樊瑞、鲍旭、项冲、李衮将引五百排手汉勇军兵护送雷车，推入辽军阵内。 一仗青护三娘引兵便打入辽兵太阴阵中，花和尚鲁智深引兵便打入辽兵太阳阵中，玉麒麟卢俊义引领一支军马，随着雷车直奔中军。你我自去寻队厮杀。是夜，雷车火起，空中霹雳交加，端的是杀的星移斗转，日月无光，鬼哭神号，人兵缭乱。 且说乌延统军正在中军遣将，只听得四下里喊声大震，四面厮杀。急上马时，雷车已到中军，烈焰涨天，炮声震地。关胜一支军马早到帐前，乌延统军汲取方天画戟与关胜大战，怎禁没雨见张青取石子望空中乱打，打的四边牙将重伤者多逃命散走。李应。 柴进、宣赞、郝思文纵马横刀，乱杀军将。乌延统军见身判没了羽翼，拨回马望北而走。关胜飞马紧追。正是饶军走上燕摩天，脚下腾云须赶上。花荣在背后见乌延统军输了，一骑马也追将来，急拈弓搭箭，望乌延统军射将去。 那见正中屋檐统军后心，听得“铮”地一声，火光迸散，正射在护心镜上。却待再射，关胜赶上，提起青龙刀，当头便砍。那屋檐统军披着三重铠甲，贴里一层边环镔铁铠,铠，中间一重海兽皮甲，外面方是锁子黄金甲。关胜那一刀砍过，只透的两层，再复一刀。 无言统军就刀影里闪过，勒马挺方天戟来迎，两个又斗了三五合，花荣赶上，去无言统军面门，又放一箭。无言统军急躲，那支箭带耳根穿住凤翅金冠。无言统军急走，张清飞马赶上，拈起石子望头脸上便打，石子飞去，打得无言统军扑在马上，拖着画戟而走。 关胜赶上，再负一刀，那青龙刀落处，把无言统军连腰截骨，带头砍着下马去。花荣抢到，先换了那匹好马。张清赶来，再负一枪。可怜无言统军一世豪杰，一柄刀，一条枪，结果了性命。勘探辽国英雄，化作南柯一梦。有诗为证。 李靖六花人一时，孔明八卦是应知。混天只想无人敌，也有神机打破时。却说鲁智深引着武松等六员头领，众将那声喊，杀入辽兵太阳阵内。那耶律的重骑带要走，被武松一借刀掠断马头，倒撞下马来，揪住头发，一刀取了首级，杀散太阳阵势。鲁智深道。 俺们再去中军拿了辽主，便是了事也。且说辽兵太阴阵中，天寿公主听得四边喊起厮杀，慌忙整顿军器上马，引女兵伺候。只见一丈青舞起双刀，纵马引着顾大嫂等六员头领杀入帐来，正与天寿公主交锋，两个斗无数合，一丈青放开双刀，抢入公主怀内，劈胸揪住。 两个在马扭作一团，脚作一块。王矮虎赶上，活捉了天寿公主。顾大嫂、孙二娘在镇里杀散女兵。孙新、张青、蔡庆在外面加工。可怜玉叶金之女，却做归降被妇人。且说卢俊义引兵杀到中军，谢珍、谢宝先把帅字旗砍翻，乱杀翻兵翻将。 当有护驾大臣与众多牙将紧护辽国郎主銮驾往北而走。镇内罗日后越被二皇侄俱被刺死于马下，季都皇侄就马上活拿了，子期皇侄不知去向。大兵重重围住，直杀到四更方息，杀的辽兵二十余万，七损八伤。将及天明，诸将都回。 宋江鸣金收军下寨，传令叫声擒活捉之众，各自献功。一丈青献太阴星天寿公主，卢俊义献祭都兴皇直耶律德华，朱仝献水星驱力出清，欧鹏、邓飞、马林献斗谢霄大官，杨林、陈达献心，月湖培植，丹亭，魏定国献位土质高标，韩涛，彭王己献流土张雷春，一火蛇敌胜。 诸将献首级不计其数，宋江将生擒八将，进行解赴赵书密中军收进，所得马匹就行拨个将其坐。且说辽国郎主慌速退入燕京，急传旨意，坚壁四门，紧守城池，不出对敌。宋江知的辽主退回燕京，便叫军马拨寨兜起，直追至城下，团团围住。 令人请赵书密，直至后营监临打城。宋江传令，叫就燕京城外团团竖起云梯炮石，扎下寨栅，准备打城。辽国郎主心慌，汇集群臣商议，都道是在危急，莫若归降大宋，此为上计。辽主遂从众议，于是城上早竖起将旗，差人来宋营求告，年年进牛马。 岁岁献朱珍，再不敢侵犯中国。宋江引着来人，直到后营拜见赵枢密，通说投降一节。赵枢密听了，道：“此乃国家大事，需用取字上裁。我未敢善变主张。你辽国有心投降，可差的当大臣亲赴东京朝见天子，圣旨准你辽国归一表文，降诏赦罪。” 方敢退兵罢战。来人领了这话，便入城回复狼主。当下国主聚集文武百官，商议此事。时有右丞相太师楚兼出班奏曰：“目今本国兵微将寡，人马皆无，如何迎敌？”论臣愚意，微臣亲往宋先锋寨内，蓄以后会。一面令其驻兵停战，一面收拾礼物，径往东京。 投埋省院诸官，令其于天子之前善言启奏，别作婉转。目今中国蔡京、童贯、高俅、杨戬四个贼臣专权，童子皇帝听他四个主张，可把金帛贿赂,赂于此四人，买其请和，必将赵射收兵罢战。梁主准奏。次日，丞相楚坚出城来，直到宋先锋寨中。 宋江接至帐上，便问来意如何。楚坚先说了国主投降一事，然后许宋先封金帛完好之物。宋江听了，说与丞相楚坚道：“俺连日攻城，不愁打你这个城池不破，一发斩草除根，免了萌芽再发。看见你城上竖起将旗，以此停兵霸占，两国交锋，自古国家有投降之礼。” 准你投拜纳降，因此按兵不动，容汝赴朝廷请罪献纳。如今以贿赂相许，去宋江为何等之人，再勿复言。楚坚惶恐。宋江又道：容你修表朝京，取自上裁。俺等按兵不动，待汝速去，快来，汝勿迟至。楚坚拜谢了宋先锋，作别出寨，上马回燕京来。 奏知国主，众大臣商议已定。次日，辽国群臣收拾完好之物、金银宝贝、彩增珍珠，装载上车，差丞相楚坚并翻官一十五员前往京师。鞍马三十余骑，休下请罪表彰一道，离了燕京，到了宋江寨内，参见了宋江。宋江引楚坚来见赵枢密，说知此事。 辽国金叉丞相楚坚亲往京师朝见，告罪投降。赵枢密留住楚坚，以礼相待。自来与宋先锋商议，议动文书，深达天子。就差柴进、萧让击奏，就带行军公文、官会省院，一同相伴丞相楚坚前往东京。在路不止一日，早到京师。 便将十车进奉金宝礼物、车仗人马于馆驿内安下。柴进、萧让、机捧行军公文先去省院下了，并说道：“即日兵马围困燕京，旦夕可破。辽国郎主于城上竖起将旗，今遣丞相楚坚前来上表，请罪纳降，告赦罢兵，未敢自专，来请圣旨。”省院官说道。 你且与他管一内权事，安歇。待俺这里从长计议。此时，蔡京、童贯、高俅、杨戬并省院大小官僚，都是好利之徒。却说辽国丞相楚坚并众人先寻门路，见了太师蔡京等四个大臣，此后省院各官处都有贿赂，个个先以门路馈送礼物，朱官已了。次日早朝。 百官朝贺拜舞已毕，枢密使同贯出班奏曰：“有先锋使宋江杀退辽兵，直至燕京，围住城池攻击，旦夕可破。今有辽主早树降旗，情愿投降。遣使丞相楚坚奉表称臣，纳降请罪，告赦讲和，求斥退兵罢战，情愿年年进奉，不敢有违。”扶起圣剑，天子曰。 以此讲和，休兵霸战，汝等重卿如何计忆旁有太师蔡京出班奏曰：“臣等众官俱各计忆自古及今，似夷未尝尽灭。臣等余意，可存辽国，作北方之屏障，年年进纳岁币，于国有益。何准投降请罪，休兵霸战，召回军马，以护京师？” 臣等未敢善辩，乞陛下圣裁。天子准奏，传圣旨令辽国来使面君。当有殿头官传令，宣楚坚等一行来使都到金殿之下，扬尘拜舞，顿首山呼。侍臣呈上表彰，就御案上展开。宣表学士高声读道：“辽国主臣耶律辉顿首顿首，百拜上言。” 陈生居朔漠，长在番邦，不通圣贤之经，枉就纲常之礼，乍文为武，左右多狼心狗行之徒，好路贪财，前后悉鼠目张头之辈。小臣昏昧，屯众猖狂，侵犯江风，以致天兵讨罪，妄驱士马，动劳王室兴师。谅蝼蚁安足汉泰山？想重水必然归大海。 金代遣使陈楚坚冒干天威纳徒请罪，倘蒙圣上怜悯罪尔之微声，不废祖宗之贵业，赦其旧过，开以新途，退守戎狄之藩邦，永作天朝之屏障。老老幼幼，真祸再生；子子孙孙，久远感戴。尽纳岁币，誓不敢违。臣等不胜战力兵营之志，仅上表以闻。 宣和四年冬月日，辽国主臣耶律辉表，徽宗天子御览表文已毕，接下群臣称贺。天子命取御酒以赐来使，丞相楚监等便取金帛碎币尽在朝前。天子命宝藏库收器，仍令纳下每年碎币牛马等物。天子回赐断皮表里，光禄寺赐宴，敕令。 丞相楚坚等先回，待寡人差官自来降照楚坚等谢恩，拜辞出朝，且归馆驿。是日朝散，楚坚又令人在于各关门下重打关节。蔡京立许，令丞相自回，都在我等四人身上。楚坚谢了太师，自回辽国去了。却说蔡太师次日引百官入朝。 启奏降诏兆回下辽国，天子准奏，即斥翰林学士草诏一道，就御前便差太尉肃远、景基、情丹诏，直往辽国开读。另敕诏书密令送先锋收兵罢战，班师回京，将应有被擒之人释放还国，元夺城池仍旧给辽管领，府库器具交割辽邦归管。天子退朝。 百官皆散。次日，省院诸官都到宿太尉府，约日送行。再说宿太尉领了诏敕，不敢久停，准备叫马从人辞了天子，别了省院诸官，就同柴进、萧让同上辽邦，出京师，望陈桥一头边塞进发。在路行时，正值严冬之月，彤云密布。 瑞雪平铺，粉素千里，银装万里。素太尉一行人马冒雪风，以礼前进。雪迹未消，剑临边塞。柴进、萧让先使少马报之赵枢密，前去通报宋先锋。宋江见少马飞报，便携九里，引众出五十里福道迎接，接着素太尉相见已毕。 把了接风酒，各官俱喜，请至寨中设宴相待，同意朝廷之事。素太尉言说，省院等官蔡京、童贯、高俅、杨戬俱各受了辽国贿赂，于天子前极力保奏此事，准其投降，休兵罢战，召回军马，守备京师。宋江听了，叹道：“非是宋某愿望朝廷，功勋至此。” 又成虚度。素太尉道：“先锋休忧，远景回朝，天子前必当重保。”赵枢密又道：“放着下官为政，怎肯教虚废了将军大功？”宋江禀道：“某等一百八人竭力报国，并无一心，亦无惜恩忘慈之念，只得众弟兄同守劳苦，实为幸甚。若得书相肯做主张。” 深感厚德。当日饮宴，众皆欢喜，至晚方散。随即差人一面报之辽国，准备接诏。次日，宋江拨十员大将护送素太尉进辽国颁诏，都是锦袍金甲，戎装革带。那十员上将：关胜、林冲、秦明、呼延灼、花荣、董平、李英、柴进、吕方、郭胜。 引领马步军三千，护持太尉前遮后拥，百步入城。燕京百姓有数百年不见中国军容，闻之太尉到来，尽皆欢喜，排门香花灯烛。辽主亲引百官文武，巨服乘马，出南门迎接赵旨，直至金銮殿上。石原大将立于左右，肃太尉立于龙庭之左。 国主同百官跪于殿前，殿头官贺拜，国主同文武拜罢。辽国侍郎承恩请诏，就殿上开读。诏曰：大宋皇帝制曰：三皇立位，五帝禅宗，虽中华而有主，岂夷狄之无君？兹尔辽国不遵天命，数反江风，礼和一鼓而灭？连金揽其情辞，连其哀切。 民辱孤，不忍如诛，仍存其国。诏书之日，即将军前所擒之将，尽数释放。还国元夺一应城池，仍旧给还本国管理。所攻遂毕，甚勿怠乎？吁乎！竟是大国之为天地，此番汉之职也。耳其亲哉！宣和四年冬月日。 当时，辽国侍郎开读诏旨已罢，郎主与百官在拜谢恩。行军陈李毕，抬过诏书龙案，郎主便与素太尉相见。去立已毕，请入后殿，大设华筵，水陆俱备。翻官进酒，荣将传杯，歌舞满筵。胡家郭儿，燕姬美女各奏荣乐，羯鼓熏池，胡旋漫舞。炎宴已终。 宋肃太尉病重，将于馆驿内安歇。是日跟去人员都有赏劳。次日，国主命丞相楚兼出城治寨，邀请赵枢密、宋先锋同入燕京赴宴。宋江便与军师吴用计议不行，只请的赵枢密入城，相陪宿太尉饮宴。是辽国郎主大张筵席，管待朝使。 葡萄酒熟清银瓮，黄羊肉美酒金盘，一果堆盐，奇花散彩。沿袭江中，只见国主金盘捧出好玩之物，上限速太尉赵淑密，只引至更深方散。第三日，辽主会集文武群臣，翻荣古乐，送太尉枢密出城还债，在命丞相楚坚。 将牛羊马匹、金银彩缎等项礼物，直至宋先锋军前寨内大设广会，犒劳三军，重赏重将。宋江传令，叫取天寿公主一干人口放回本国，乃将夺过潭州、冀州、霸州、幽州，依旧给还辽国管理。一面先送宿太尉还京，伺后收拾诸将军兵车仗人马，分拨人员，先发中军军马。 护送赵书密起行，宋先锋寨内自己设宴，一面上老水军头目已了，着令乘驾船只从水路先回东京驻扎听调。宋江在使人入城中，请出左右二丞相前赴军中说话。当下辽国郎主教左丞相忧西被锦，右丞相太师楚坚来至宋先锋行营，至于中军相见。 宋江邀请上帐，分边而坐。宋江开话道：“俺武将兵临城下，将至壕边，奇功在耳，本不容辱投降。打破城池，尽皆剿灭，正当其理。主帅听从，荣辱深达朝廷，皇上怜悯，存恻隐之心，不肯尽情追杀，准辱投降，纳表请罪。今王室已毕。” 无代朝京，汝等勿以宋江等辈不能胜尔，再生反复，年年进贡不可有缺。吾今班师韩国，汝宜谨慎自守，休得故犯。天兵在至，绝无轻恕。二丞相叩首伏罪拜谢。宋江再用好言借谕，二丞相恳谢而去。宋江却拨一队军兵。 与女将一丈青等先行，随即换令随军石匠采石为碑，令萧让作文以记其事。金大坚捐石以壁，树立在永清县东一十五里茅山下，至今古迹尚存，有诗为证：“每闻胡马渡阴山，恨杀禅渊纵鲁桓。谁造茅山功绩迹？寇公泉下一开颜。” 宋江却将军马分作五起进发，刻日起行。只见鲁智深呼到帐前，合掌作礼，对宋江道：“小弟自从打死了镇关西，逃走到代州雁门县，赵员外送洒家上五台山，投托至真长老落发为僧。不想最后两番闹了禅门，师傅送俺来东京大相国寺。” 头里智清禅师讨个执事僧做，相国寺里着洒家看守菜园，为救林冲被高太尉要害，因此落草。德育哥哥随从多时，已经数载，思念本师，一向不曾参礼。洒家常想师傅说，俺虽是杀人放火的性，酒后却得正果真身。今日太平无事。 兄弟全时告假数日，欲往五台山参礼本师，就将平息所得金帛之资都做不施，再求问师傅前程如何。哥哥军马只顾前行，小弟随后便赶来也。宋江听罢愕然，默上心来，便道：“你既有这个活佛罗汉在彼，何不早说，与俺等同去参礼，求问前程？”当时与众人商议。 进阶要去，唯有公孙胜道教不行。宋江再与军师计议，留下金大坚、黄甫端、萧让、乐和四个，委同副先锋卢俊义掌管军马，陆续先行。俺们只带一千来人，随从众弟兄跟着鲁智深同去参礼至真长老。宋江等众当时离了军前，收拾名香、彩帛、表里。 金银上五台山来，正是暂弃金戈甲马来游方外丛林；雨花台畔来访道德高僧，善法堂前要见燃灯古佛。执教一语打开名利路，片言剔透死生观。毕竟宋江与鲁智深怎地参禅？且听下回分解。第九十回。 五台山宋江参禅，双林镇燕青玉故。话说五台山这个至真长老，原来是故宋时一个当世的活佛，知得过去未来之事。数载之前，已知鲁智深是个了身达命之人，只是俗缘未尽，要还杀生之债，因此教他来尘世中走这一遭。本人素根还有道心，今日起这个念头，要来参禅投离本世。 宋公明亦是素有善心，时刻点悟，因此要同鲁智深来参智真长老。当下，宋江与众将只带随行人马，同鲁智深来到五台山下，就将人马屯扎下营，先使人上山报之。宋江等众兄弟都脱去戎装金冠带，各穿随身衣服，步行上山。转到山门外，只听寺内撞钟击鼓。 众僧出来迎接，向前与宋江、鲁智深等施了礼。树内有认的鲁智深的多，又见齐齐整,整整这许多头领跟着宋江，尽皆惊讶。堂头首座来禀宋江道：“长老坐禅入定，不能相接，将军切勿见罪。”遂请宋江等先去知客寮内少坐。公差罢，侍者出来请道：“长老禅定方回。” 已在方丈庄后，启请将军进来。宋江等一行百余人，直到方丈，来参至真长老。那长老慌忙降阶而阶，邀至上堂，各施礼罢。宋江看那和尚时，六旬之上，眉发尽白，骨骼清奇，俨然有天台方广出山之象。众人入进方丈之内。 宋江便请智真长老上座，焚香礼拜。一行众将都已拜罢，鲁智深向前插香礼拜。智真长老道：“徒弟一去数年，杀人放火不易。”鲁智深默然无言。宋江向前道：“久闻长老清德，正奈俗缘浅薄，无路拜见尊严。今因奉诏破辽到此，得以拜见堂头大和尚。” 平生万幸，智深兄弟虽是杀人放火，忠心不害良善。今引宋江等众兄弟来参大师。智真长老道：常有高僧到此，亦曾闲论世事。久闻将军替天行道，忠义根心。吾弟子智深跟着将军，岂有差错？宋江称谢不已。 鲁智深将出一包金银彩缎来，攻献本师。智真长老道：“吾弟子此物何处得来？无意钱财，绝不敢受。”智深禀道：“弟子累经功赏，积聚之物，弟子无用，特地将来献纳本师，以充功用。”长老道：“众意难消，与汝至精一藏，消灭罪恶，早登善果。” 鲁智深拜谢意了，宋江一曲金银彩缎，上献至真长老，长老坚之不受。宋江禀说：“我师不纳，可令库斯办斋，贡献本寺僧众。当且就五台山寺中素歇一宵，长老设素斋相待，不在话下。”且说次日，库斯办斋完备，五台山寺中法堂上鸣钟击鼓。 至真长老会集众僧于法堂上讲法参禅，须臾，何寺众僧都披袈裟坐具，到于法堂中坐下。宋江、鲁智深并众头领立于两边。引静响处，两碗红纱灯笼，引长老上升法座。至真长老到法座上，先拈信相助，赞道：“此一炷香，福愿皇上圣寿齐天，万民乐业。” 再拈香一炷，愿今斋主身心安乐，寿算延长。再拈香一炷，愿今国安民泰，遂忍年和，三教兴隆，四方宁静。祝赞已罢，就法作而坐。两下众僧打罢问讯，复皆势力宋江向前拈香礼拜毕，合掌近前参禅道：“某有一语，敢问吾师。” 浮世光阴有限，苦海无边，人身至危，生死最大。至真长老便答偈曰：“六根束缚多年，四打牵缠已久。看皆是火光中翻了几个筋头。”一，阎浮世界诸众生，泥沙堆里贫笑吼。长老说计已毕，宋江礼拜势礼，众将都向前拈香礼拜，摄氏道。 只愿弟兄同生同死，世世相逢。焚香已罢，众僧皆退，就请去云堂内复斋。众人斋罢，宋江与鲁智深跟随长老来到方丈内。至晚，闲话间，宋江求问老道：弟子与鲁智深本欲从师数日，只是愚迷，但以统领大军，不敢久恋。我师语录，时不醒悟。 今者拜辞还京，某等众弟兄此去前程如何？万望无师名章点化。至真长老命取纸笔，写出四句寄语：“当风雁影篇，冬却不团圆。只眼公老足，双林福寿全。”写毕，递与宋江道：“此事将军一生之事，可以秘藏，久而必应。”宋江看了，不晓其意，又对长老道。 弟子于蒙不悟法语，岂无师明白开解，以示优矣。至真长老道：“此乃禅机隐语，汝一自参，不可明说。”长老说罢，唤过至深近前道：“吾弟子此去，与汝前程永别，正果将临也。与汝四句寄去，收取终身受用。寄曰：‘逢夏而勤，遇腊而止。’” 听朝而圆，见信而记。鲁智深拜受寄语，读了数遍，藏在身边，拜写本诗，又歇了一宵。次日，宋江、鲁智深并无用等众头领辞别长老下山，众人便出寺来。至真长老并众僧都送出山门外作别。不说长老众僧回寺，且说宋江等众将下到五台山下。 引起军马星火赶来，众将回到军前，卢俊义、公孙胜等接着宋江众将都相见了。宋江便对卢俊义等说：“五台山众人身禅社事一事，将出禅语与卢俊义、公孙胜看了，皆不晓其意。”萧让道：“禅机法语，等闲如何省的，众皆惊讶不已。宋江传令。 催攒军马启程，众将得令，催起三军人马往东京进发。凡经过地方，均是秋毫无犯。百姓扶老携幼来看王师，见宋江等众将英雄，人人称奖，个个亲服。宋江等在路行了数日，到一个去处，地名双林镇。当有镇上居民。 及进村，几个农夫都走拢来观看。宋江等众兄弟雁行般排着，一队队并排而行。正行之间，只见前队里一个头领滚鞍下马，向左边看的人丛里扯着一个人叫道：“兄台何在这里？”两个叙了礼，说着话。宋江的马渐渐近前，看时却是浪子燕青和一个人说话。 燕青拱手道：“许兄，此位便是宋先锋。”宋江勒住马，看那人时，生得目炯双瞳，眉分八字，七尺长短身材，三牙掩口自虚。戴一项乌皱纱抹眉头巾，穿一领造沿边褐布道服，系一条杂彩吕公绦。这一双方头轻步履，必非碌碌庸人，定是山林异士。 宋江见那人相貌古怪，风神爽雅，忙下马来，躬身施礼道：“敢问高氏大名？”那人望宋江便拜道：“闻名久矣，今日得以拜见。”慌得宋江答拜不迭，连忙扶起道：“小可宋江，何劳如此？”那人道：“小子姓许，名贯中，祖贯大名府人士，今移居山野。” 昔日与燕将军交契，不想一别有十数个年头，不得相聚。后来小子在江湖上闻的小乙哥在将军麾下，小子心慕不已。今闻将军破辽凯还，小子特来此处瞻望，得见各位英雄，平生有幸。欲邀燕兄到壁炉略叙，不知将军肯放否？燕青一禀道：“小弟与许兄久别。” 不宜在此相遇，既蒙许兄雅意，小弟只得去一遭。哥哥同众将先行，小弟随后赶来。宋江猛醒道：“兄弟燕青，常道先生英雄肝胆，只恨宋某命薄，无缘得遇。金城垂爱，敢邀同往请教。”许冠中辞谢道：“将军慷慨忠义，许某久欲相视左右。” 因老母年过七旬，不敢远离。宋江道：“嫩地时却不敢相强。”又对燕青说道：“兄弟就回，免得我这里放心不下。况且到京，倘早晚便要朝见。”燕青道：“小弟绝不敢为哥哥将令。”又去禀知了卢俊义，两下辞别。宋江尚得马来前行的众头领已去了一箭之地。 见宋江和贯中说话，都勒马伺候。当下宋江策马上前，同众将进发。话分两头。且说燕青换一个亲随军汉，拴缚了行囊，另备了一匹马，却把自己的骏马让与许贯中乘坐。到前面酒店里，脱下戎装金冠带，穿了随身便服，两人各上了马。军汉背着包裹。 跟随在后，离了双林镇，往西北小路而行。过了些村舍林冈，前面却是山僻曲折的路。两个说些旧日交情，胸中肝胆。出了山僻小路，转过一条大溪，约行了三十余里。许贯中用手指道：“兀那高峻的山中，方是小弟的壁炉在内。”又行了十数里，才到山中。 那山峰峦秀拔，溪涧澄清。燕青正看山景，不觉天色已晚。但见落日带烟声碧雾，断霞映水散红光。原来这座山叫做大山，上古大禹圣人导河曾到此处。书经上说道：“至于大，这便是个证件，今属大名府浚县地方，化修繁穴。 且说许冠中引了燕青转过几个山嘴，来到一个山凹里，却有三四里方圆平旷的所在。树木丛中闪着两三处草舍，内中有几间向南傍西的茅舍，门外竹篱围绕，柴扉关掩，修竹苍松，丹枫翠柏，森密前后。许冠中指着说道：“这个便是蜗居。”燕青看那竹篱内。 一个黄发村童穿一领布衲袄，向地上收拾些晒干的松枝，堆积于茅檐之下。听得马蹄响，立起身往外看了，叫声奇怪：这里那得有马经过？仔细看时，后面马上却是主人，慌忙跑出门外，插手立着，呆呆的看。原来临行备马时，许冠中说不用栾铃。 以此致敬方教，二人下了马，走进竹林。军人把马拴了，二人入得草堂，分宾主坐下，茶罢，冠中叫随来的军人卸下安配，把这两匹马牵到后面草房中，换童子寻些草料喂养，仍教军人前面耳房内歇息。燕青又去拜见冠中的老母，冠中携着燕青。 同到靠东向西的草炉内，推开后窗，却淋着一溪清水。两人就倚着窗间坐地。冠中道：“壁炉窄陋，兄长休要笑话。”燕青答道：“山明水秀，令小弟应接不暇，实在难得。”冠中又问些征聊的事。多样时，童子点上灯来，闭了窗格，多张桌子。 铺下五六叠菜蔬，又搬出一盘鸡、一盘鱼及家中藏下的两样山果，悬了一壶热酒，罐中筛了一杯，递与燕青道：“特地邀兄到此，村老野菜，岂堪待客？”燕青称谢道：“相扰却是不当。”数杯酒后，窗外月光如昼。燕青推窗看时，又是一般清致，云清风静。 月白溪清，水影山光，相映一视。燕青夸奖不已道：“昔日在大名府与兄长最为莫逆，自从兄长应武举后，便不得相见。却寻这个好去处，何等优雅！像列地嫩的东征西逐，怎得一日清闲？”贯中笑道：“宋公明及各位将军，英雄盖世，上应刚星。” 今又微服强虏，向许某窝伏荒山，那里有份豪吉德兄等，俺又有几分不合时宜处，每每见奸党专权，蒙蔽朝廷，因此无志进取，游荡江河，到几个去处，俺也颇颇留心。说罢大笑，席掌更酌，燕青取白金二十两，送与贯中道：些许薄礼，少进笔尘 贯中坚持不受，燕青又劝贯中道：“兄长嫩般才略，同小弟到京师去，方便讨个出身。”贯中叹口气说道：“今间邪当道，妒贤嫉能，如鬼如玉的都是峨冠博带，忠良正直的尽被牢笼陷害。小弟的念头久灰，兄长到功成名就之日，也宜寻个退步。” 自古道，雕鸟尽，良弓藏。燕青点头嗟叹，两个说至半夜，方才歇息。次早洗漱罢，又早摆上饭来，请燕青吃了，便邀燕青去山前山后游玩。燕青登高眺望，只见重峦叠嶂，四面皆山，唯有琴声上下，却无人迹往来。山中居住的人家，颠倒数过。 只有二十余家。燕青道：“这里赛过桃园。燕青贪看山景，当日天晚，又歇了一宵。次日，燕青辞别冠中道：“恐送先锋悬念，就此拜别。”冠中相送出门。冠中道：“兄长少带。无疑时，村童托一轴手绢出来，冠中将来递与燕青道。 这是小弟进来的几笔拙画，兄长到京师细细的看，日后或者亦有用的者处。燕青谢了，教军人拴缚在行囊内。两个不忍分手，又同行了一二里。燕青道：“送君千里，终须一别，不必远劳，后途再会。”两人各一样分手。燕青望许冠中回去的远了，方才上马。 便教军人也上了马，一齐上路。不则一日，来到东京，恰好宋先锋屯驻军马于陈桥驿，听候圣旨。燕青入营参见，不提。且说先是宿太尉并赵枢密中军人马入城，已将宋江等功劳奏闻天子，报说宋先锋等诸将兵马班师回军，已到关外。赵枢密前来启奏。 说宋江等诸将边庭劳苦之事，天子闻奏，大家称赞，就传圣旨，命黄门侍郎宣宋江等面君朝见，都交披挂入城。宋江等众将遵奉圣旨，本身披挂，戎装革带，顶盔挂甲，身穿锦袄，悬带金银牌面，从东华门而入，都至文德殿朝见天子，拜舞起居，山呼万岁。 皇上看了宋江等众将英雄，尽是锦袍金带，唯有吴用、公孙胜、鲁智深、武松身着本身服色。天子圣意大喜，乃曰：“寡人多知卿等争进劳苦，边塞用心，重伤者多，寡人甚为忧戚。”宋江在拜奏道：“托圣上洪福齐天，臣等众将虽有重伤，俱各无事。金逆鲁投降。” 边庭宁息，时陛下威德所致，臣等何劳之有？再拜称谢。天子特命省院官即以封爵。太师蔡京、枢密童贯商议奏道：宋江等官爵，荣臣等着意奏闻。天子准奏，仍赤光禄寺大赦御宴，亲赏宋江锦袍一领、金甲一副、名马一匹。 卢俊义以下给赏金帛，尽于内府官之。宋江与众将谢恩已罢，进出恭进，都到西华门上马回营安歇，听候圣旨。不觉的过了数日，那蔡京、童贯等那里去议什么封爵，只顾言哀。且说宋江正在营中闲坐，与军师吴用议论些古今兴亡得失的事，只见戴宗。 石秀各穿微服来禀道：“小弟辈在营中，勿作无亲，今日和石秀兄弟闲走一回，特来禀之兄长。”宋江道：“早些回营，候你们同饮几杯。”戴宗和石秀离了陈桥驿，往北缓步行来。过了几个街坊市井，忽见路旁一个大石碑，碑上有“造字台”三字，上面又有几行小字。 因风雨剥落，不甚分明。戴宗仔细看了，道：“却是苍颉造字之处。”石秀笑道：“俺们用不着他。”两个笑着往前又行，到一个去处，偌大一块空地，地上都是瓦砾。正北上有个石牌坊，横着一片石板，上镌“博浪城”三字。戴宗沉吟了一回，说道。 原来此处是汉流侯鸡始皇的所在，戴宗啧啧称赞道：“好个刘侯！”石秀道：“只可惜这一追不中。”两个皆叹了一回，说着话，只顾往北走去。离营却有二十余里。石秀道：“俺两个鸟耍了这半日，寻那里吃完酒回营去。”戴宗道：“勿那前面不是个酒店？” 两个进了酒店，捡个进窗明亮的座头坐地。戴宗敲着桌子叫道：“将酒来！”酒保搬了五六碟菜蔬摆在桌上，问道：“官人打多少酒？”石秀道：“先打两角酒下饭，但是下得口的，只顾卖来。”无疑时，酒保悬了两角酒，一盘牛肉，一盘羊肉，一盘嫩鸡。 两个正在那里吃酒闲话，只见一个汉子拖着雨伞杆棒，背个包裹，拽扎起灶山，腰系着缠带，腿绷护膝，八大麻鞋走得气急喘促，进了店门，放下伞棒包裹，便向一个座头坐下，叫道：“快将些酒肉来！”过卖悬了一脚酒，摆下两三碟菜蔬。那汉道：“不必文粥了，有肉，快切一盘来。” 俺吃了，要赶路进城公干。拿起酒，大口架吃。戴宗把眼瞅着，肚里寻思道：“这鸟是个工人，不知什么鸟事。”便向那汉拱的问道：“大哥，什么是嫩般要紧？”那汉一头吃酒吃肉，一头加七加八的说出几句话来，有份叫。 宋公明再建奇功，焚庆帝重归大宋。毕竟那汉说出什么话来，且听下回分解。第九十一回，宋公明兵渡黄河，卢俊义转成黑夜。话说戴宗、石秀见那汉像个工人打扮，又见他慌慌张张，戴宗问道：“端地是什么公干？”那汉放下柱，磨磨嘴，对戴宗道。 河北田虎作乱，你也知道吗？戴宗道：“俺们也知一二。”那汉道：“田虎那厮侵州夺县，官兵不能抵敌。近日打破盖州，早晚便要攻打魏州。城中百姓日夜惊恐，城外居民四散的逃窜。因此，本府差俺到省院投告吉公文的。”说罢，便起身。 背了包裹，拖着伞棒，急急算还酒钱，出门叹口气道：“真个是官差不自由，俺们的老小都在城中。皇天只愿早早发救兵便好。”拽开步往京城赶去了。戴宗、石秀得了这个消息，也算还酒钱，离了酒店，回到营中，见宋先锋报知此事。宋江与吴用商议道。 我等诸将闲居在此，甚是不宜。不若奏闻天子，我等情愿起兵前去征进。吴用道：“此事须得速太尉保奏方可。”当地汇集诸将商议，尽皆欢喜。次日，宋江穿了公服，引十数骑入城，直至太尉府前下马。正值太尉在府，令人传报。太尉知道，忙叫请进。 宋江到堂上再拜起居，宿太尉道：“将军何事光降？”宋江道：“上告恩相，宋某听得河北田虎造反，占据州郡，擅改年号，亲至盖州，早晚来打魏州。宋江等人马九贤某等情愿不领兵马前去征剿，尽忠报国，望恩相保，奏则个。” 素太尉听了大喜，道：“将军等如此忠义，肯替国家出力，素某当一力保奏。”宋江谢道：“宋某等吕蒙太尉厚恩，虽铭心露骨，不能补报。”素太尉又令置酒相待。至晚，宋江回营，与众头领说之。却说素太尉次日早朝入内，见天子在披香殿，省院官正奏。 河北田虎造反，占据吴府五十六县，改年建号，自霸称王。穆金打破灵川、淮州、镇林，深闻告急，天子大惊，向百官文武问道：“卿等谁与寡人出力剿灭此寇？”只见班布从中闪出，肃太尉执简当胸，俯伏起奏道：“臣闻田虎斩木接近之事，今已燎原。” 非猛将雄兵难以剿灭。今有破辽得胜宋先锋，屯兵城外，其陛下降敕，遣这支军马前去征剿，必成大功。天子大喜，即令省院官奉旨出城，宣取宋江、卢俊义，直到披香殿下朝见天子，拜舞已毕，玉音道：“朕知卿等英雄忠义，今斥卿等征讨河北。” 卿等勿辞劳苦，早奏凯歌而回。朕当忧擢。宋江、卢俊义叩头奏道：“臣等蒙圣恩委任，敢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天子龙颜心悦，降敕封宋江为平北正先锋，卢俊义为副先锋，各赐御酒、金带、锦袍、金甲、彩缎。其余正偏将所。 各赐断匹银两，代奏荡平，论功升赏，加封官爵。三军头目给赐银两，都就于内府官之。限定日期出师起行。宋江、卢俊义在谢恩，领旨辞朝，上马回营，升帐而坐。当时汇集诸将，进教收拾鞍马一甲，准备起身征讨田虎。次日。 于内府官道赏赐断匹银两，分置诸将，给散三军头目。宋江与吴用计议，着令水军头领整顿战船，先进自汴河入黄河，至元武县界，等候大军到来，接济渡河。传令与马军头领整顿马匹，水陆并进，传其同行，准备出师。 且说河北田虎这厮是威胜州沁源县一个猎户，有履历，属武艺，专一交结恶少。本处万山环猎，易于少聚；又指水旱频仍，民穷财尽，人心思乱。田虎乘机纠集亡命，捏造妖言，山火渔民。初时掳掠些财物，后来侵州夺县，官兵不敢当其锋。说话的。 田虎不过一个猎户，为何就这般猖獗？看官听着，却因那时文官要钱，武将怕死，各州县虽有官兵防御，却是老弱虚冒，或一名吃两三名的兵饷，或是要人家闲着的半当，出了十数两顶手，也买一名充当，落得官之些粮饷使用。道的点名操练，却去雇人答应，上下相蒙。 牢不可破，国家费尽金钱，竟无一毫实用。到那临阵时节，却不知厮杀，横的竖的，一见前面尘起炮响，只恨爷娘少生两只脚。当时也有几个军官引了些兵马前去追剿田虎，那里赶上前，只是尾骑后东奔西逐，虚张声势，甚至杀良冒功，百姓愈加怨恨。 反去从贼，以避官兵，所以被他占去了五州五十六县。那五州一是威胜，即今时沁州；二是汾阳，即今时汾州；三是昭德，即今潞安；四是晋宁，即今时平阳；五是盖州，即今时泽州。那五十六县都是这五州管辖的属县。田虎就汾阳起造宫殿，委设文武官僚。 内乡外将独霸一方，称为晋王。兵精将猛，山川险峻。木金分兵两路前来侵犯。再说宋江选日出师，相辞了省院诸官，当有宿太尉亲来送行。赵安府遵旨，至营前赏劳三军。宋江、卢俊义谢了宿太尉、赵枢密，兵分三队而进。 令五虎八票即为前部，五虎将五员：大刀关胜、豹子头林冲、霹雳火秦明、双边江湖阎卓、双枪将董平。八票即八员：小李广花荣、金枪手徐宁、青面兽杨志、急先锋索超、美羽见张清、美髯公朱仝、九纹龙史进、没遮拦穆弘。令十六标降为后队。 小彪将十六员镇三山黄信，并御迟孙立、丑骏马宣赞、景木暗好思文、百胜将韩滔、天目将彭起、圣水将军丹亭。神火将魏定国、魔云金翅欧鹏、火眼酸泥邓飞、锦毛虎燕顺、铁笛仙马林、跳涧虎陈达、白花蛇杨春、锦豹子杨林、小霸王周通、宋江、卢俊义、吴用。 公孙胜及其余江左马步头领统领中军。当日三声号炮，金鼓乐器齐鸣，离了陈桥驿，往东北进发。宋江号令严明，行伍整肃，所过地方，秋毫无犯，是不必说。兵至元武县界，县官出郊迎接。钱冲部少报水军头领船只已在河滨等候渡河。 宋江传令李俊等领水兵六百，分为两哨，分哨左右，再居住些当地船只，装载马匹车仗。宋江等大兵次第渡过黄河北岸，便令李俊等统领战船，前至魏州渭河崎取，宋江兵马前部行至魏州屯扎，当有魏州官员智言涉袭等接送先锋到来。 请进城中管待。诉说田虎贼兵浩大，不可轻敌。泽州是田虎手下伪书密纽文中镇守，差部下张翔、王吉领兵一万来攻本州所属辉县；沈安、秦升领兵一万来攻淮州属县武涉。求先锋速行解救泽各。宋江听罢，回营与吴用商议，发兵前去救应。 吴用道：“陵川乃盖州之要地，不若竟领兵去打陵川，则两县之为自解。”当下卢俊义道：“小弟不才，愿领兵去取陵川。”宋江大喜，拨卢俊义马军一万，步兵五百。马军头领乃是花荣、秦明、董平、索超、黄信、孙立、杨志、史进、朱仝、穆弘。 步军头领乃是李逵、鲍旭、项冲、李演、鲁智深、武松、刘唐、杨雄、石秀。次日，卢俊义领兵去了。宋江在帐中，再与吴用计议进兵良策。吴用道：“贼兵久交，如先锋此去，必然成功。只有一件，三进山川险峻，须得两个头领做细作。” 先去打探山川形势，方可进兵。道由未了，只见帐前走过燕青，禀道：“军师不消费心，山川形势已有在此。”当下燕青取出一轴手卷，展放桌上。宋江与吴用从头仔细观看，却是三进山川城池关隘之图，凡何处可以屯扎。 何处可以埋伏，何处可以厮杀，细细的都写在上面。吴用惊问道：“此图何处得来？”燕青对宋江道：“前日破辽班师，回至双林镇，所遇那个姓许名贯中的，他邀小弟到家，临别时将此图相赠。他说是几笔丑画，递回到营中闲坐，偶取来展看，才知是三晋之图。” 宋江道：“你前日回来，正值收拾朝见，忙忙的不曾问的背信。我看此人也是个好汉，你平日也常对我说他的好处。他如今何所作为？”燕青道：“贯中博学多才，也毫武艺，有肝胆。其余小计，琴艺、丹青，件件都省的。因他不愿出世，山居幽僻，及相续的言语。” 被戏说了一遍，吴用道：“成天下有心人也。”宋江、吴用皆叹称赞不已。且说卢俊义领了兵马，先令黄信、孙立领三千兵去灵川城东五里外埋伏；史进、杨志领三千军去灵川城西五里外埋伏。今夜五鼓，衔枚摘铃，敲得个去。明日我等进兵，敌人若无准备。 我兵已得城池，只看南门旗号，重头领领了军马，徐徐进城。倘敌人有准备，放炮为号，两路一起杀出接应。四将领计去了。卢俊义次早五更造饭，平民军马直逼灵川城下，兵分三队，一袋摆开，摇旗擂鼓，搦战。守城军慌的飞去报之守将董承吉、偏将沈计、耿恭。 那董承是纽文忠部下先锋，身长九尺，履历过人，使一口三十斤重坡风刀。当下听得报，宋朝调遣梁山坡兵马，已到城下扎营，要来打城。董承即升帐，整点军马出城迎敌。耿恭见道：“某闻宋江这伙英雄，不可轻敌，只宜坚守。差人去盖州求取救兵到来，内外夹攻。” 方能取剑。董承大怒道：“叵耐那厮小去俺这里，怎敢就来攻城？比远来避皮，待俺出去，叫他片甲不回。”耿恭苦谏不听。董承道：“既如此，留下一千军马与你城中守护，你去城楼坐着，看俺杀那厮。”急披挂提刀，同沈祭领兵出城迎敌。城门开处。 放下吊桥，二三千兵马拥过吊桥。宋军阵里用强弓硬弩射住阵脚。只听得皮鼓咚咚，灵川阵中捧出一员将来，怎生打扮？戴一顶点,点金术发魂铁盔，顶上撒斗来大小红缨，披一副百连环锁子铁甲，穿一领绣,绣云霞团花战袍。这一双鞋皮嵌线云跟靴。 系一条红丁就叠胜带；一张弓，一壶箭，骑一匹银色卷毛马，手使一口泼风刀。董承立马横刀，大叫道：“水泼草寇，到此送死！”朱仝纵马喝道：“天兵到此，早早下马受缚，免无刀斧。”两军呐喊。朱仝、董承抢到该心，两马相交。 两气并举，二将斗不过十余合，朱仝拨马望东便走。董成赶来，东队里花荣挺枪接住厮杀，斗到三十余合，不分胜败。吊桥边沈继见董成不能取胜，抡起出白点钢枪，拍马向前助战。花荣见两个加攻，拨马望东便走。董成、沈继紧,紧紧赶来，花荣回马再战。 耿恭在城头上看见董承、沈计赶去，恐怕有失，正欲鸣锣收兵，宋军队里忽冲出一彪军来，李逵、鲁智深、鲍旭、项冲等十数个头领飞刀似抢过吊桥来，北兵怎当的这样凶猛，不能拦当。耿恭急叫闭门，说时迟，那时快，鲁智深、李逵早已抢入城来。 守门军一齐向前，被智深大叫一声，一禅杖打翻了两个。李逵轮斧劈倒五六个，鲍旭等一拥而入，夺了城门，杀散军士。耿恭见头势不好，急滚下来，往北要走，被步军赶上，活捉了。董成、沈继正斗花荣，听得吊桥边喊起，急回马赶去。花荣不去追赶。 就了事，还带住钢枪，拈弓取箭，去定董承。望董承后，新搜的一箭，董承两脚蹬空，扑通的倒撞下马来。卢俊义等招动军马掩杀过来，沈计被董平一枪戳死。凌川兵马杀死大半，其余的四散逃窜去了。众将领兵一齐进城。 黑旋风李逵兀是火刺刺的，只顾砍杀。卢俊义连叫：“兄弟，不要杀害百姓！”李逵方肯住手。卢俊义叫军士快于南门竖立任军旗号，好教两路伏兵之道。再分拨军士各门把守。少顷，黄信、孙立、史进、杨志两路伏兵一起都到。花荣县董城首级。 董平献审计首级，鲍旭等活捉的耿恭，并不下几个头目解来。卢先锋都叫解了绑缚，扶耿恭于客位，分宾主而坐。耿恭拜谢道：“背秦之将，反蒙厚礼相待。”俊亦扶起道：“将军不出城迎敌，良有深意。其董成辈可比。”宋先锋招贤纳士。 将军若肯归顺天朝，宋先锋必行保奏重用。耿恭叩领谢道：“既蒙不杀之恩，愿为麾下小卒。”卢俊义大喜，在用好言抚慰了这几个头目，一面出榜安民，一面被办酒食犒劳军士，置酒管待耿恭及众将。卢俊义问耿恭：“盖州城中兵将多寡？”耿恭道。 盖州有钮枢密重兵镇守，阳城、神水俱在盖州之西，为高平县去此只六十里远近。城池傍着韩王山，守将张李、赵能，部下有二万军马。卢先锋听罢，举杯向耿公道：“将军满饮此杯，只今夜卢某便要将军去干一件功劳，万物推却。”耿公道。 蒙先锋如此厚恩，耿公敢不尽心。俊一喜道：“将军既肯去，卢某拨几兄弟，并将军部下头目，依着卢某如此如此，即刻就反起身。”又换过那新将的六七个头目，各赏九十银两，攻城另行重赏。当下酒罢，卢俊义传令李逵、鲍旭等七个步兵头领，并一百名步兵。 穿换了灵川军卒的义甲旗号，又令史进、杨志领五百马军衔枚摘领，远远的随在耿公兵后；却令花荣等众将在城镇守，自己领三千兵随后接应。分拨已定，耿公等领计出城，日色已晚，行至高平城南门外，已是黄昏时候，星光之下。 望城上旗帜森密，听城中更鼓严明。耿公到城下高叫道：“我是灵川守将耿公，只为董、沈二将不肯听我说话，开门轻敌，以此失陷。我即领了这百余人，开北门从小路前走至此。快放我进城则个！”守城军士把火照认了，急去报知张礼、赵能。那张礼。 赵能亲上城楼，军是打着数把火炬前后照耀。张礼向下对耿恭道：“虽是自家人马，也要看个明白。”望下仔细辨认，真个是灵川耿恭领着百余军卒，好衣旗帜，无半点差错。城上军人多有认的头目的，便指道：“这个是孙如虎。”又道：“这个是李秦龙。” 张礼笑道：“放他进来。”只见城门开处放下吊桥，又令三四十个军士把住吊桥两边，方才放耿恭进城。后面这些军人一拥抢进道：“快进去，快进去！”后面追赶来了，也不顾什么耿将军，把门军士喝道：“这是什么去处？这般乱窜！”正在那里争让。 只见韩王山嘴边火起，飞出一彪军马来，二将当先，大喊：“贼将休走！”那耿恭的军卒内已混着李逵、鲍旭、项冲、李衮、刘唐、杨雄、石秀这七个大虫在内，当时葛撤出兵器，发声喊，百余人一齐发作，抢进城来。城中措手不及，那里关的城门叠。 城门内外军士早被他们砍翻数十个，夺了城门。张李叫苦不迭，即挺枪下城来寻耿恭，正撞着石秀，斗了三五合，张李无心恋战，脱枪便走，被李逵赶上，查的一斧剁为两段。再说韩王山嘴边那镖军飞到城边，一拥而入，正是史进、杨志分头赶杀北兵。 赵能被乱兵所杀，高平军士杀死大半，把张李老小进行诛戮。城中百姓在睡梦里惊醒，嚎哭震天。须臾，卢先锋领兵也到了，下令手把个门，叫十数个军士分头高叫，不得杀害百姓。天明出榜安民，赏赐军士，差人飞报送先锋知道。 为何卢俊义攻破两座城池，嫩般容易，嫩般神速，却因田虎部下纵横久无敌手，轻视官军，却不知宋江等众将如此英雄。卢俊义得了这个窍，出其不意，连破二城。所以吴用说：“卢先锋此去一定成功。”话休絮烦，且说宋江军马屯扎魏州城外。 宋先锋正在帐中议事，忽报卢先锋差人飞报捷音，并启宋先锋再以进兵之策。宋江大喜，对吴用道：“卢先锋一日连克二城，贼已丧胆。”正说间，又有两路少军报道：辉县、武舍两处围城兵马闻灵川失守，都解围去了。宋江对吴用道：“军师神算，古今罕有。” 欲拔寨西行，与卢先锋合兵一处，计议进兵。吴用道：“魏州左孟门，右太行，南滨大河，西压上党，地党冲要。倘贼人之大兵西去，从赵德提兵南下，我兵东西不能相顾，将如之何？”宋江道：“军师之言最当。”便令关胜、呼延灼、公孙胜领五千军马镇守魏州。 再令水军头领李俊、二张、三阮、二同统领水军船只，博具渭河，与城内相为犄角。分拨已定，诸将领命去了。宋江众将统领大兵，即日拔寨起行。余路无话，来到高平，卢俊义等出城迎接。宋江道：“兄弟们，连克二城，功劳不小，功绩不赏。” 都一一记录。卢俊义领新降将耿公参见。宋江道：“将军弃邪归正，与宋某等同替国家出力，朝廷自当重用。”耿公拜谢势力，示力宋江以人马众多不便入城，就于城外扎寨。即日与吴用、卢俊义商议，如今当去打那个周俊。吴用道：“盖州山高见深，道路险阻。” 今已克了两个属县，其势已孤，当先取盖州，以分敌势，然后分兵两路夹角，威胜可破也。宋江道：“先生之言正合我意。”传令柴进、同李庆去守灵川，替回花荣等六将前来听用。史进同穆弘守高平，柴进等四人遵令去了。当下有梅雨见张清禀道。 小将两日感冒风寒，欲于高平暂住，调设全可，复营听用。宋江便教神医安道全同张青往高平疗治。次日，花荣等已到，宋江令花荣、秦明、索超、孙立领兵五千为先锋，董平、杨志、朱仝、史进、穆弘、韩涛、彭起领兵一万为左翼，黄信、林冲。 宣赞、郝思文、欧鹏、邓飞领兵一万为右翼；徐宁、燕顺、马林、陈达、杨春、杨林、周通、李忠为后队；宋江、卢俊义等其余江左统领大兵为中军。这五路雄兵杀奔盖州来，却似龙离大海，虎出深林。正是：人人要见封侯记，各个个思成荡寇宫 毕竟宋江兵马如何攻打盖州，且听下回分解。第九十二回，镇军威小李广神剑，打盖郡智多星密筹。话说宋江统领军兵人马，分五队进发，来打盖州。盖州少探军人探听的时，飞报入城来。城中守将钮文忠，原是绿林中出身，江湖上打劫的金银财物。 进行资助，田虎同谋造反，占据宋朝州郡，因此官封枢密使之职。惯使一把三尖两刃刀，武艺出众，部下管领着猛将四员，名号四威将，协同镇守盖州。那四员：倪威将方琼，皮威将安世荣，彪威将楚亨，雄威将于玉林。这四威将手下各有偏将四员。 共偏将一十六员，乃是杨端、郭信、苏吉、张祥、方顺、沈安、卢元、王吉、石敬、秦升、莫真、盛本、贺仁、曹洪、石训、桑英、钮文忠同正偏将佐统领着三万北兵，据守盖州。晋文陵川、高平失守，一面准备迎敌官军。 一面深闻取威胜、晋宁两处告急求救，当下闻报，即遣正将方琼、偏将杨端、郭信、苏吉、张祥领兵五千出城迎敌。临行，钮文忠道：“将军在意，我随后领兵接应。”方琼道：“不消枢密吩咐，那两处城池非元力不能敌，都中了他诡计。” 方某今日不杀他几个，是不回城。当下各个披挂上马，领兵出东门，杀奔前来。宋兵前队迎着，摆开阵势，战鼓喧天。北阵里门旗开处，方琼出马当先，四员偏将簇拥在左右。那方琼头戴卷云冠，披挂龙鳞甲，身穿绿锦袍，腰系石蛮带，足穿抹绿靴。 左挂弓，右悬剑，跨一匹黄鬃马，拈一条浑铁枪，高叫道：“水洼草寇，怎敢用诡计撞我城池？”宋阵中，孙立喝道：“助逆反贼！今天兵到来，尚不知死。”拍马直抢方琼。二将在征臣营里杀气丛中斗过三十余合，方琼渐渐力怯。北军阵中。 张翔见方琼斗不过孙俪，他便拈起弓搭上箭，把马挨出阵前，向孙俪嗖的一箭。孙俪早已看见，把马头一提，正射中马眼，那马直立起来。孙俪跳在一边，拈起枪便来不斗。那马腹痛，往北跑了十数步，便倒。张翔见射不到孙俪，飞马提刀又来助战，却得秦明接住厮杀。 孙立欲归阵换马，被方琼一条枪不离左右的脚住，不能脱身。那边恼犯了神臂将花荣，骂道：“贼将怎敢放暗箭？教他任我一箭！”口里说着，手里的弓已开得满满地，去定方琼较劲，嗖的只一箭，正中方琼面门，翻身落马。孙立赶上一枪，结果急回本阵换马去了。 张翔与秦明厮杀，秦明那条棍不离张翔的顶门上下，张翔只半的价格遮拦。只见方琼落马，心中惧怯，渐渐输僵下来。北阵里郭信拍马拈枪来主张翔，秦明立敌二将，全无惧怯，三匹刀丁字摆开在阵前厮杀。花荣在取第二支前，搭上弦。 望张翔后心去的亲切，公开满月，箭发流星，嗖的又一箭，喝声道：“认剑。正中张翔后心，射个透明。那支箭直透前胸而出，头盔倒挂，两脚蹬空，扑通的撞下马来。郭信见张翔中箭，卖个破绽，拨马望本阵便走。秦明紧紧赶去。此时孙立已换马出阵，同花荣。 索超招兵卷杀过来，北兵大乱。那边杨端、郭信、苏吉抵挡不住，往后急退。猛听得北兵后面喊声大震，却是纽文中孔方琼有失，令安世荣、于玉林各领五千军马，分两路合杀拢来。这里花荣四将即分兵抵敌，却被那杨端、郭信、苏吉乐转兵马回身杀来。 当不得三面夹攻，花荣等四将奋力冲突，看看围在该心。又听得东边喊杀连天，北军大乱。左是董平等七将，右是黄信等七将，两翼兵马一齐冲杀过来，北兵大败，杀死者甚多。安世荣、于玉林等领兵急拥进城，闭了城门。宋兵追至城下。 城上泪木炮石打将下来，宋兵方退。须臾，宋先锋等大兵都到，离城五里屯扎。宋江升帐，交肖让标写花容头功。忽然起一阵怪风，飞土扬尘，从西过东，把旗帜都摇撼的歪斜。吴用道：“这阵风，今夜必主贼兵劫寨，可速准备。”宋江道：“这阵风。” 真个不比寻常，便令欧鹏、邓飞、燕顺、马林领三千兵于寨左埋伏；王英、陈达、杨春、李忠领三千兵于寨右埋伏；鲁智深、武松、李逵、鲍旭、项冲、李衮领兵五百于寨中埋伏，炮响为号，一齐杀出。奋波已了，宋江与吴用秉烛谈兵。 且说钮文忠箭折了二将，祭典军士折去二千余名，正在帐中纳闷，当有皮威将安氏荣献祭道：“恩相放心，宋江这伙连营了几阵，已是志交气满，必无准备。今夜安某领一支兵去劫寨，可获全胜，以报今日之仇。”钮书密道：“将军若去，我当亲自领兵接应。” 却令于楚二将军坚守城池。安世荣大喜道：“若是恩相亲征，必擒宋江。”计议已定。至二更时分，世荣同偏将沈安、卢元、王吉、石敬统领五千军马，人皮软战，马摘栾铃，出得城来，衔枚疾走，直至宋兵寨前，发声喊，一拥杀入寨来。只见寨门大开。 寨中灯烛辉煌，安世荣情之重计，急退不迭。宋寨中一声炮响，左有燕顺等四将，右有王英等四将，一起奔杀拢来。寨内李逵等六将，领蛮牌步兵，滚杀出寨来。北军大败，四散逃命。沈安被武松一借刀砍死，王吉被王英杀死。宋兵把安世荣。 卢元、石敬人马围在该心，看看危急，却得钮文忠同偏将曹洪、石训领兵救应，混杀一场，各自收兵。次日，钮文忠祭奠军士，折去千余，又折了沈安、王吉二将。石训身带重伤，命在呼吸。正忧闷间，忽报威胜有使命、情机令旨到来。 钮文忠连忙上马，出北门迎接使臣进城，宣读令旨，说：“近来司天监夜观天象，有刚星入犯，禁地分野，务宜坚守城池，不得有误。”钮文忠速道：“宋朝差宋江等兵马前来厮杀，连破两个城池。宋兵已到这里，昨日厮杀，又折了正偏将左五元。若得救兵早到。” 方保无虞。使臣道：“在下离威胜时，尚未有这个消息。行至中路，始听的传说，宋朝遣兵到俺这里。纽文中设宴管带，馈送礼物，一面准备类木炮石、强弓硬弩、火箭火器，坚守城池，以待救兵，不在话下。再说燕顺、王英等众将杀劫寨贼兵。” 得胜回寨，次日，宋江传令修治器械，准备攻城，令林冲、索超、宣赞、郝思文领兵一万攻打东门；徐宁、秦明、韩涛、彭起以领兵一万攻打南门；董平、杨志、单廷邦、魏定国领兵一万攻打西门，却空着北方，恐有救兵到来。 城内冲突，两路受敌，却令史进、朱仝、穆弘、马林领兵五千于城东北高冈下埋伏；黄信、孙立、欧鹏、邓飞领兵五千于城西北密林里埋伏。倘贼人调遣救兵至，两路夹击。令花荣、王英、张清、孙新、李立领马兵一千为由骑，往来四门探听。 李逵、鲍旭、项冲、李衮、刘唐、雷横领步兵三百，与花荣等互相策应。分拨已定，众将遵令去了。宋江与卢俊义、吴用等正偏将左移扎营寨城东一里外，令李云、汤隆督修云梯飞楼，推赴各营架用。却说林冲等四将在东城建树云梯飞楼。 逼近城垣，令清洁军士上飞楼攀援欲上，下面呐喊助威。怎禁的城内火箭如飞蝗般射出来，军士躲避不迭。无疑时，那飞楼已被烧毁，稳拉拉倾折下来，军士跌死了五六名，受伤十数名。西南二处攻打，亦被火箭火炮伤损军士。为是一连六七日攻打不下。 宋江见攻城不克，同卢俊义、吴用亲到南门城下催督攻城。只见花荣等武将领尤其从西哨探过东来，城楼上与玉林同偏将杨端、郭信监督军事守御。杨端望见花荣渐进城楼，便道：“前日被他一连伤了二将，今日与他报仇则个。”即年起弓，搭上箭。 望着花荣前，新搜的一箭射来，花荣听得弓弦响，把身往后一倒，那支箭却好射到，顺手指一戳，戳了那支箭，咬在口里，起身把枪带在了事环上，左手拈弓，右手就取那支箭，搭上弦，去定阳端较亲，只一箭正中阳端咽喉，扑通的往后便倒，花荣大叫。 鼠辈怎敢放冷箭？教你一个个都死！把右手去取剑，却待要再射时，只听得城楼上发声喊，几个军士一齐都滚下楼去。玉林、郭信吓得面如土色，躲避不迭。花荣冷笑道：“今日认得神剑将军了。”宋江、卢俊义喝彩不已。吴用道：“兄长。” 我等却好同花将军去看是城垣形势。花荣等拥护着宋江、卢俊义、吴用绕城周匝看了一遍。宋江、卢俊义、吴用回到寨中，吴用唤灵川降将耿恭问盖州城中路径。耿恭道：“钮文忠将旧州制作帅府，当城之中。城北有几个庙宇，空处却都是草场。” 吴用听罢，对宋江计议，便唤石谦、石秀近前密语道：“如此一计，往花荣军前密传将令，相机行事。”再唤灵振、谢珍、谢宝领二百名军士，携带轰天子母大小号炮，如此前去。教汝至深、武松带领金鼓手三百名，刘唐、杨雄、玉宝寺 段景柱每人带领二百名军士，各备火把，往东南西北依计而行。又令戴宗往东西南三营，密传号令，只看城中火起，迸力攻城。分拨已定，众头领遵令去了。且说钮文忠日夜指望救兵，毫无消耗，十分忧闷。天波军士搬运木石，上城坚守。 至夜黄昏时分，猛听得北门外喊声震天，鼓角齐鸣。纽文忠驰往北门上城眺望时，喊声筋骨都息了，却不知何处兵马。正疑虑间，城南喊声又起，筋骨震天。纽文忠令于玉林坚守北门，自己疾驰至南城看时，喊声已息，筋骨也不明了。纽文忠眺望多时。 唯听得宋军南营里隐隐更鼓之声，静悄悄的，火光也没半点。徐徐下城，遇到帅府前点事，猛听得东门外连枝炮响，城西呐喊，擂鼓喧天，架起。钮文忠东奔西逐，直闹到天明。宋兵又来攻城，至夜方退。是夜二鼓时分，又听得鼓角喊声。钮文忠道。 这厮是疑兵之计，不要踩他。俺这里只坚守城池，看他怎的。忽报东门火光烛天，火把不计其数，飞楼云梯逼近城来。纽文中文报，驰往东城，同楚亨、石敬、秦生督军士用火箭炮石正在打射。蒙可的一声火炮响震山谷，把城楼也震动。 城内军民十分惊恐，如是的号脑了两夜。天明又来攻城，军士时刻不得合眼。钮文忠也时刻在城巡视。胡望见西北上旌旗蔽遮天，往东南而来。宋兵中十数骑少马，非也你投大寨去了。钮文忠料事救兵，遣于玉林，准备出城接应。却说西北上那支军马。 乃是普宁守将田虎的兄弟三大王田彪接了盖州求救文书，便遣部下猛将凤翔王远领兵二万前来救援。一过阳城，往盖州进发，离城上有十余里，猛听的一声炮响，东西高冈下密林中飞出两彪军来，却是史进、朱仝、穆弘、马林、黄信、孙立、欧鹏、邓飞八员猛将。 一万雄兵卷杀过来，晋宁兵虽是二万，远来劳困，怎当得这里埋伏了十余日，养成精锐，两路夹攻，晋宁军大败，弃下金鼓、骑枪、盔甲、马匹无数，军士杀死大半。凤翔王远脱逃性命，领了败残头目士卒，仍回晋宁去了，不提。 再说，纽文忠见两军截住厮杀，急遣于玉林领兵开北门杀出接应。那北门却是无兵攻打。于玉林领兵出城，才过吊桥，正遇着花荣、尤其从西而来。北军大叫：“神剑将军来了！”慌得急退不迭，一拥乱抢进城去。玉林已是在南城吓破了胆，那里赶来交战，也跑进城去。 花荣等冲过来，杀死二十余人，不去赶杀，让他进城。城中急急闭门。那时石秀、石谦穿了北军号衣，以魂入城。史谦、石秀进的城门，趁闹哄里溜进小巷，转过那条巷，却有一个神祠，牌额上写道：“当境土地神祠。”史谦、石秀学进祠来。 见一个道人在东壁下向火，那道人看见两个军士进此来，便道：“长官，外面消息如何？”军人道：“适才俺们被于将军点去厮杀，却撞着了那神剑将军，于将军也不敢与他交锋。俺们乱抢进城，却被俺趁闹闪到这里，便向身边取出两块散碎银，递与道人说。” 你有藏下的酒，胡乱把两碗我们吃，岂是寒冷？那人笑将起来道：“长官，你不知这几日军情紧急，神道的香火也一些没有，那讨半滴酒来，便把银地还石欠，石秀推住他的手道：“这点你且收着，却在理会。我们连日守城辛苦，时刻不得合眼，今夜全在这里睡了，明早便去。” 那道人摇着手道：“二位长官莫怪，牛将军军令严谨，少请便来查看。我若留二位在此，都不能个干净。”时迁道：“嫩般说，且在处。”石秀便挨在道人身边，也去向火。时迁张望前后无人，对石秀丢个眼色，石秀暗的取出配刀。 那道人只顾向火，被石秀从背后查的一刀，割下头来，便把祠门拴了。此时已是有牌时分，石谦转过神厨后壁，却有门户。户外小小一个天井，屋檐下堆积两堆乱草。石谦、石秀搬将出来，遮盖了道人尸首，开了祠门，从后面天井中爬上屋去，两个伏在几下。 仰看天边，明朗朗的现出数十个星来。史迁石秀挨了一回，再溜下屋来，到祠外探看，并无一个人来往。两个再学几步，左右张望，临近虽有几家居民，都静悄悄的闭着门，隐隐有哭泣之声。时过在学校南去，连过一带土墙，却是偌大一块空地，上面有数十堆柴草。 石阡暗想到，这是草料场，如何无军人看守？原来城中将士只顾城上御敌，却无暇到此处点事。那看守军人听得宋军杀散救兵，料城中已不济事，各顾性命，预先藏匿去了。”史前石秀父伸到神祠里取了火种，把道人尸首上乱草点着，却溜到草场内。 两个分头去，一连上六七处。烧顷，草场内轰轰火起，烈焰冲天。那神祠内也烧将起来。草场西侧，一个居民听得火起，打着火把出来探听。石谦抢过来，劈的夺了火把。石秀道：“带我们去抱扭元帅。”居民见两个是军士，那敢与他别敖？石谦执着火把。 从石秀一径往南跑去，口里嚷着报元帅。见居民房屋下得手的所在，又上两把火，却丢下火把，学过一边。两个脱下北军号衣，躲在僻静处。城中见四五路火起，一时鼎沸起来。钮文忠见草场火起，即领军士驰往救火。城外见城内火起，知是石谦、石秀内应。 蹦力攻打。宋江同吴用带领谢珍、谢宝驰至城南。吴用道：“我前日见那边城垣稍低，便令秦明等把飞楼逼近城垣。”吴用对谢珍、谢宝道：“贼人丧胆，军势已罢，兄弟努力上城。”谢珍带坡刀上飞楼，潘女强一跃而上，随后解宝也奋跃上去，两个发声喊。 抢下女强，挥刀乱砍。城上军士本是困顿惊恐，又见谢珍谢宝十分凶猛，都乱窜滚下城去。楚亨见二人上城，挺枪来斗了十数合，被谢宝一泼刀硕翻。谢珍赶上，剁下头来。此时宋兵从飞楼攀援上城，已有百十余人。谢珍谢宝当先，一起抢杀下城。 大叫道：“上前的剁作肉泥！”众人杀死石敬、秦升，砍翻把门军士，夺了城门，放下吊桥。徐宁等众将领兵拥入。徐宁同韩涛领兵杀奔东门，安世荣抵敌不住，被徐宁戳死，夺门放林冲等众将入城。秦明同彭齐领兵抢夺西门，放董平等入城。莫真、贺仁。 曹洪被乱兵所杀，杀的尸横市井，血满街去。钮文忠见城门已都被夺了，只得上马弃了城池，同于玉林领二百余人出北门便走。未及一里，黑暗里突出黑旋风李逵、花和尚鲁智深，一个猛将军，一个莽和尚，拦住去路，正是。 天罗密布难一步，地网高张怎脱身？毕竟纽文中，于玉林性命如何？再听下回分解。第九十三回，李逵梦闹天池，宋江兵分两路。话说纽文中见盖州已失，只得奔走出城，与同于玉林、郭信、圣本、桑英保护而行，正撞着李逵、鲁智深领步兵截住去路。 李逵高叫道：“俺奉宋先锋将令，等候你这伙败撮鸟多时了。”抡双斧杀头，手起斧落，早把郭信、桑阴砍翻。柳文忠吓得魂不附体，措手不及，被鲁智深一禅杖，连盔带头打得粉碎，撞下马来。二百余人杀个进去，只被于玉林、圣本望次协力，死命撞出去了。 鲁智深道：“留下那两个驴头吧，等他去报信。仍割下三颗首级，夺得鞍马盔甲，一径进,进城县呐。且说宋江大队人马入盖州城，便传下将令，先叫救灭火焰，不许伤害居民。众将都来献功。宋先锋叫军士将首级号令个门，天明出榜安抚百姓。 将三军人马尽数收入盖州屯驻，赏劳三军诸将，功绩簿上标写石秀、史迁、写真、解宝公赐，一面写表深奏朝廷，得了盖州，晋江府库财帛金宝，借赴京师，写书申呈肃太尉。此时腊月江中，宋江料理军务，不觉过了三四日，忽报张清病可。 同安道全来参见听用，宋江喜道：“甚好！明日是宣和五年的元旦，却得聚首。”次日黎明，众将穿工服服头，宋江率领众兄弟忘却朝贺，行五拜三叩头礼已毕，卸下服头工服，各穿红锦战袍，九十二个头领及新降将耿恭齐齐整整。 都来贺节，参拜宋江。宋先锋大牌筵席，庆贺宴上，从兄弟轮次与宋江称觞献寿。久之，硕巡，宋江对众将道：“赖众兄弟之力，国家复了三个城池。”又知元旦相聚欢乐，实为罕有。独是公孙胜、呼延灼、关胜、水军头领李俊等八员，及守灵川柴进。 李应守高平，史进、穆弘这十五兄弟不在面前，甚是异样。当下便换军中头目，领二百余名军役，各个另外赏劳，叫吉日单送洋酒，分头去送到魏州、灵川、高平三处守城头领交纳，兼报结音。吩咐务事未了，忽报三处守城头领差人到此后贺，都奉先锋将令。 荣事在身，不能亲来拜贺。宋江大喜道：“得此信息，就如见面一般。”赏劳来人，陪众兄弟开怀畅饮，尽醉方休。次日，宋先锋准备出东郊迎春，因明日子时正四刻，又逢立春节后，事业刮起东北风，浓云密布，纷纷扬扬，降下一天大雪。 明日重头领起来看时，但见纷纷柳絮，片片鹅毛；空中白鹭群飞，江上素鸥翻覆。飞来庭院，转旋坐态，阴风映彻歌语，灿烂增辉何日？千山玉砌，能令樵子唱迷踪；万户银妆，多少幽人成佳句。正是尽道丰年好，丰年瑞若何？ 边关多和几，宜锐不宜多。当下地方星萧让对众头领说道：“这雪有数般名色，一片的是风儿，二片的是鹅毛，三片的是攒三，四片的是聚四，五片唤作梅花，六片唤作六出。这雪本是阴气凝结，所以六出应着阴数。到立春以后，都是梅花杂片，更无六出了。” 今日虽已立春，尚在冬春之交，那雪片却是或五或六。乐和听了这几句议论，便走向檐前，肥皂衣袖儿承受那落下来的雪片，看时，真个雪花六出，那一出尚未全去，还有些龟角，内中也有五出的了。乐和连声叫道：“果然，果然！”众人都拥上来看。 却被李逵鼻中冲出一阵热气，把那雪花冲灭了。众人都大笑，却惊动了宋先锋，走出来问道：“众兄弟笑甚么？”众人说：“正看雪花被黑旋风鼻气冲灭了。”宋江也笑道：“我已吩咐智久在宜春圃与众兄弟赏玩，则个。”原来这周至东有个宜春圃，圃中有一座雨香亭。 庭前颇有几株桂柏松梅。当晚众头领在与香亭雨笑喧哗，觥筹交错，不觉日暮，点上灯烛。宋江酒酣，闲话中追论起昔日被难时，多亏了众兄弟，我本运城小吏，身犯大罪，蒙众兄弟于千枪万刀之中，九死一生之内，屡次舍着性命救出我来。 当江州与戴宗兄弟押赴市曹时，万分是个鬼；到今日却得为国家臣子，与国家出力。回思往日之事，真如梦中。宋江说到此处，不觉潸然泪下。戴宗、花荣及同难的几个弟兄听了这般话，也都掉下泪来。李逵这时多饮了几杯酒，酣醉上来，一头与众人说着话。 眼皮却渐渐合拢来，便用双臂衬着脸，以示睡去。忽转念道：“外面雪雾是未知，心里想着，身体未尝动弹，却像已走出亭子外的一般。看外面时，又是奇怪。原来无雪，只管在里面误坐。待我到那乡去走一回。离了宜春浦，须臾出了州城，猛可想起。 阿爷、oh yeah, 忘带了板斧，把手向腰间摸时，原来插在这里。向前不分南北，莽莽撞撞的，不知行了多少路，却见前面一座高山。无疑时，行到山前，只见山坳里走出一个人来，头戴折角头巾，身穿淡黄道袍，迎上前来，笑道：“将军要闲不时，转过此山是有的益处。” 李逵道：“大哥，这个山名叫做深吗？那秀士道：“此山唤作天池岭。将军闲玩回来，仍到此处相会。”李逵依着他，真个转过那山，忽见路旁有一所庄院，只听得庄里大闹。李逵闯将进去，却是十数个人，都执棍棒器械，在那里打桌机凳，把家伙食物打得粉碎。 内中一个大汉骂道：“老牛子，快把女儿好好的送与我做魂家，万事甘休。若说半个不字，教你们都是个死。”李逵从外入来，听了这几句说话，心如火炽，口似烟生，喝道：“你这伙鸟汉，如何强要人家女儿？”那伙人嚷道：“我们是要他女儿，干你屁事！”李逵大怒，拔出板斧砍去。 好生作怪，却是不禁砍，只一斧砍翻了两三个。那几个要走，李逵赶上，一连六七斧，砍得七颠八倒，尸横满地。单只走了一个，往外跑去了。李逵抢到里面，只见两扇门紧紧的闭着。李逵一脚踢开，见里面有个白发老和一个老婆子在那里啼哭。见李逵抢入来，叫道。 不好了，打进来了！李逵大叫道：“我是路见不平的，前面那伙鸟汉被我都杀了，你随我来看。”那老儿战战兢兢的跟出来看了，反扯住李逵道：“虽是除了凶人，续连累我吃官司。”李逵笑道：“你那老儿也不晓得黑爷爷。” 我是梁山坡黑旋风李逵，现今同宋公明哥哥奉诏征讨田虎。他们现在城中吃酒，我不耐烦，出来闲走。莫说那几个鸟汉，就是杀了几千，也打什么鸟不尽。那老儿方才开泪道：“嫩斑却是好眼，请将军到里面坐地。”李逵走进去，那边已摆上一桌子酒馔。 老儿扶李逵上面坐了，满满地筛一碗酒，双手捧过来道：“蒙将军救了女儿，满饮此盏。”李逵接过来便吃。老头又来劝，一连吃了四五碗。只见先前啼哭的老婆子领了一个年少女子上前，叉手双双地道了个万福。婆子便道：“将军在宋先锋部下，又嫩般奢遮。” 如不弃丑陋，情愿把小女配与将军。李逵听了这句话，跳江起来道：“这样腌排歪货，却才可是我要谋你的女儿，杀了这几个撮鸟，快夹了鸟嘴，不要放那鸟屁！”这一脚把桌子踢翻，跑出门来。只见那边一个彪形大汉，仗着一条坡刀，大踏步赶上来，大喝一声道：“！” 误那黑贼，不要走！却才这几个兄弟如何都把来杀了？我们是要他家女儿，干你甚事？挺泼刀直抢上来。李逵大怒，抡斧来迎，与那汉斗了二十余合。那汉斗不过，隔开板斧，拖着坡刀，飞也似跑去。李逵紧紧追赶，赶过一个林子，猛见许多宫殿。 那汉奔至殿前，撇了坡刀，在人丛一混，不见了那汉。只听得殿上喝道：“李逵，不得无礼！折他来见朝。”李逵猛醒道：“这是文德殿，前日随宋哥哥在此见朝，这是皇帝的所在。”又听得殿上说道：“李逵，快斧服。李逵藏了板斧，上前观看。 只见皇帝远远地坐在殿上，许多官员排列殿前。李逵端端正正朝上拜了三拜，心中想到：“阿、啊、也，少了一拜。”天子问道：“适才你为何杀了许多人？”李逵跪着说道：“这厮们强要占人女儿，臣一时气愤，所以杀了。”天子道：“李逵路见不平，剿除奸党，义勇可嘉。” 涉汝无罪，赤辱做了直殿将军。李逵心中喜欢道：“原来皇帝嫩般明白。”一连磕了十数个头，便起身立于殿下。无疑时，只见蔡京、童贯、杨戬、高俅四个一班跪下，俯伏奏道：“今有宋江统领兵马，征讨田虎、斗六不尽，终日饮酒，扶起皇上治罪。” 李逵听了这句话，那把无名火高举三千丈，按捺不住，梁府抢上前，一斧一个劈下头来，大叫道：“皇帝，你不要听那贼臣的说话，我宋哥哥连破了三个城池，现今屯兵盖州，就要出兵，如何恁般凄狂？”众文武见杀了四个大臣，都要来捉李逵。李逵，梁府叫道：“敢来捉我！” 把那四个作样，众人因此不敢动手。李逵大笑道：“快当，快当！那四个贼臣今日才得了当，我去报语送哥哥知道。”大踏步离了宫殿。蒙可的又见一座山，看那山时，却是适才遇见秀士的所在。那秀士误是立在山坡前，又迎将上来，笑道：“将军此游得意否？” 李逵道：“好叫大哥得知，是才被俺杀了四个贼臣。”那秀士笑道：“原来如此，我原在坟沁之间，近日偶游于此，知将军等心存忠义，我还有紧要说话与将军说。目今宋先锋征讨田虎，我有十字要诀，可擒田虎。将军须牢牢记着，传与宋先锋知道。”便对李逵念道。 要移田虎族，须携穷妖族。一连念了五六遍，李逵听他说的有理，便依着他温念这十个字。那秀士又向树林中指道：“那边有一个年老的婆婆在林中坐地。”李逵才转身看时，已不见了那个秀士。李逵道：“他嫩地去的快，我且到林子里去看是什么人。” 抢入林子来，果然有个婆子坐着。李逵近前看时，却原来是铁牛的老娘，呆呆的闭着眼坐在青石上。李逵向前抱住道：“娘呀，你一向在那里吃苦？”铁牛知道被虎吃了，今日却在这里。娘道：“无儿，我原不曾被虎吃。”李逵哭着说道：“铁牛今日受了招安。” 真个做了官，送哥哥大兵现屯扎城中。铁牛背娘到城中去，正在那里说，猛可的一声响亮，林子里跳出一个斑斓猛虎，吼了一声，把尾一剪，向前直扑下来。慌的李逵板斧望虎砍去，用力太猛了，双斧劈个空，一跤扑去，却扑在宜春浦与香亭酒桌上。 宋江与众兄弟追论往日之事，正说到浓深处，初时见李逵伏在桌上打盹，也不在意。蒙可听的一声响，却是李逵睡中，双手把桌子一拍，碗碟掀翻，溅了两袖羹汁，口里误事嚷道：“娘，大虫走了！”睁开两眼看时，灯烛辉煌，众兄弟团团坐着，还在那里吃酒。李逵道。 翠，原来是梦，却也快当。众人都知道什么梦，嫩般得意。李逵先说梦见我的老娘，原不曾死，正好说话，却被大虫打断。众人都叹息。李逵再说到杀雀奸徒，踢翻桌子。那边鲁智深、武松、石秀听了，都拍手道：“快当！”李逵笑道。 还有快当的理，又说到杀了蔡京、童贯、杨戬、高俅四个贼臣，众人拍着手，齐声大叫道：“快当，快当！如此也不枉了做梦。”宋江道：“众兄弟晋升，这是梦中说话，甚么要紧？”李逵正说到姓农处，宣权果秀的说道：“打什么鸟不进？” 真个一生不曾做恁般快唱的事。还有一桩奇异，梦一个秀士对我说：“甚以要移田虎族，须携穷使族。他说：“这十个字乃是破田虎的要诀，教我牢牢记着，传与宋先锋、宋江、吴用，都想解不出。”当有安道全听的“穷使族三字，正欲启齿说话，张清以目视之，安道全微笑。 遂不开口。吴用道：“此梦颇易，雪霁便可进兵。”当下酒散歇息，一宿无话。次日雪霁，宋江升帐，与卢俊义、吴学究计议，兵分两路，东西进征。东一路渡湖关，取昭德，由鹿城、余社直抵贼巢之后，却从大谷到临县会兵合剿。西一路取晋宁。 出霍山，取汾阳，由介休、平遥、祁县，直抵威胜之西北，合兵临县，取威胜、秦、田、虎。当下分拨两路将左正先锋宋江管领正偏将左四十七员，军师吴用、林冲、索超、徐宁、孙立、张清、戴宗、朱仝、樊瑞、李逵、鲁智深、武松、鲍旭、项冲、李衮、单廷邦。 魏定国、马林、燕顺、谢珍、谢宝、宋清、王英、扈三娘、孙新、顾大嫂、林振、汤龙、李云、刘唐、燕青、孟康、王定六、蔡福、蔡庆、朱贵、裴宣、萧让、蒋敬、乐和、金大坚、安道全、玉宝寺、黄甫端、侯建、段景柱、石迁、河北降将耿恭。 副先锋卢俊义带领正偏将左四十员，军师朱武、秦明、杨志、黄信、欧鹏、邓飞、雷恒、吕方、郭胜、宣赞、郝思文、韩涛、彭启穆春、焦挺、郑天寿、杨雄、石秀、邹渊、邹润、邹润张清、孙二娘、李丽、陈达、杨春、李忠、孔明、孔亮、杨林、周通、石勇、杜迁。 宋万、丁德孙、公望、陶宗旺、曹正、薛永、朱富、白胜，宋江分派已定，再与卢俊义商议道：“今从此处分兵，东西征剿，不知贤弟兵取何处？”卢俊义道：“主兵遣将，听从哥哥严令，安敢减责？”宋江道：“虽然如此，试看天命。”两队分定人数，写成鸠子。 各拈一处，当下裴宣写成东西两处鸠子。宋江、卢俊义焚香祷告。宋江拈起一鸠。只因宋江拈起这个鸠来，直叫三军队里在添几个英雄猛将，五龙山前显出一段奇闻异术。毕竟宋先锋拈着那一处，且听下回分解。第九十四回，关胜一将三将。 李逵莽献众人。话说宋江在盖州分定两队兵马人数，写成鸠子，与卢俊义焚香祷告。宋江拈起一个鸠子看时，却是东路；卢俊义揪得西路，是不必说。只等雪静启程，留下花荣、董平、施恩、杜兴步兵二万镇守盖州。到初六日即期，宋江。 卢俊义准备起兵，忽报盖州属县阳城、沁水两处军民，累被田虎残害，不得已投顺。今知天兵到来，军民擒复了城守将寇福、沁水守将陈凯，解赴军前。两县耆老率领百姓，牵羊提酒，献纳城池。宋先锋大喜，大家赏劳两处军民，给榜抚慰，复为良民。 宋先锋已扣服陈凯之天兵到此，不速来归顺，着即斩首祭旗，以警贼人。是日，两路大兵聚出北门，花荣等置酒见宋。宋江执杯对花荣道：“贤弟威震贼军，堪为此城之保障。今此城为北面受敌，倘有贼兵，当设奇机之，以丧贼胆，则贼人不敢南窥矣。” 花荣等围魏受命，宋江又执杯对卢俊义道：“今日出兵，却得阳城、沁水献俘之喜，二处济平，贤弟可以长驱直抵晋宁，早建大功，生擒贼首田虎，报效朝廷，同享富贵。”卢俊义道：“赖兄长之威，两处不战而服。既奉严令，敢不尽心丹力。” 宋江又取前日叫萧让赵依许贯中图画令写成一轴，赋予卢俊义收治备用。当下正先锋宋江传令拨兵三队：林冲、索超、徐宁、张清领兵一万为前队；孙立、朱仝、燕顺、马林、单廷邦、魏定国、汤隆、李云领兵一万为后队。宋江与吴用统领其余江左。 领兵三万为中军，三队共军兵五万往西北进发。副先锋卢俊义辞了宋江、花荣等，管领四十员将左，军兵五万往西北进征。花荣、董平、施恩、杜兴鉴别宋江，卢俊义入城。花荣传令于城北五里外扎两个营寨，施恩、杜兴各领兵五千。 设强弓硬弩，并诸般火器，屯扎以当敌锋；又于东西两路设骑兵埋伏，不提。其高平自有史进、穆弘；凌川自有李英。柴进；魏州自有公孙立、清关胜、呼延灼，各个守御。看官牢记话头。且说宋先锋三队人马，离盖州行三十余里。 宋江在马上遥见前面有座山岭，多样时渐近山下，却在马首之右。宋江观看那山形势，比他山又是不同。但见万叠流岚临次密，数峰连峙雁成行。岭巅崖石如城郭，插天云木绕苍苍。宋江正在观看山景，忽见李逵上前用手指道：“哥哥，此山光景。” 与前日梦中无异。宋江急唤降将耿公问道：“你在此久，必知此山来历。若依许贯中图上，房山在州城东，当叫做天池岭。”李逵道：“梦中那秀士正是说天池岭，我却忘了。”耿公道：“此山果是天池岭，其滇石崖如城郭一般，昔人避兵之处。” 近来土人说，此岭有灵异，夜间石崖中往往有红光照耀，又有樵者到岸畔，有异香扑鼻。宋江听罢，便道：“如此却符合李逵的梦。”是日兵行六十里，安营，余路无话。不则一日，来到湖关之南，离关五里下寨。却说湖关原在山之东麓，山形似湖，汉时始置关于此。 因此叫做湖关。山东有豹毒山，与湖关山路相连。湖关正在两山之中，离昭德城南八十里外，乃昭德之险隘。上有田虎手下猛将八员，精兵三万镇守。那八员猛将是谁？山世奇、鲁辉、史定、吴成、仲良、云宗武、武肃、竹敬。 却说山氏奇元是沁州富户子弟，履历过人，好使枪棒。因杀人巨罪，遂投田虎部下，据敌有功，委授兵马都监之职。惯使一条四十斤重浑铁棍，武艺精熟。田虎闻朝廷差宋江等兵马前来，特差他到赵德挑选精兵一万，协同陆辉等镇守湖关，比出一应调遣。 具得便宜行事，不必奏闻。山世奇到湖关，知盖州失守，料宋兵必来取关，日日厉兵秣马，准备迎敌。忽报宋兵已到关南五里外扎营。世其整点马军一万，同史定、逐静、仲良各个披挂上马，领兵出关迎敌，与宋兵对阵，两边列成阵势。 用强弓硬弩射住阵脚，两阵里花枪驼骨擂，杂彩绣旗摇。北阵门旗开处，一将立马当先，看他怎生结束。凤翅明盔稳带，鱼鳞铠甲重披，锦红袍上之花枝，施蛮带琼瑶密器，纯钢铁棍紧挺，青毛鬃马频嘶。湖关新到大将军。 山都监视其便是，山士旗高叫：“水洼草寇赶来侵犯我边疆。”那边豹子头林冲骤马出阵，喝道：“助虐匹夫！天兵到来，勿使抗拒。”拈毛纵马，直抢士旗。二将抢到该心，两军呐喊，二旗相交，四条碧帛纵横，八只马蹄缭乱，斗经五十余合，不分胜负。 林冲暗暗喝彩，竹敬见甘其不能取胜，拍马飞刀助战。那边梅雨见张清飞马接住，一头说，便向亲随军师剑湖中取两支箭，望关外卸去。也是此关河破？关外真各有几个军卒，奉送先锋将令，在黑营里潜探关中消息。唐斌那支箭。 可可地射着一个军卒右骨，但射的骨肉疼痛，却似无箭足的。军士怪异，取剑细看，原来有许多绢帛，紧紧缠缚着剑足。军卒只有别情，飞奔至寨中报之宋先锋。宋江在灯烛之下拆开看时，内有蝇头细字几行，却是唐斌密曰，次日黎明，县官有文仲荣。 崔满领兵前至先锋寨后，只等炮响，关内杀出接应。那时唐兵在彼，乘机夺关。宋先锋起诉，准备进关。宋江看罢，与吴用密议准备。吴用道：“关将军料无差误，然敌兵出我之后，不可不做准备。当令孙立、朱仝、丹廷、魏定国、燕顺领兵一万。” 卷旗息鼓，前往寨后。如遇文、崔二将兵到，勿令彼拒逼营寨，直待我兵已得此关，听放轰天子母号炮，方可容他进前。再令徐宁、索超领兵五千前往寨东埋伏，林冲、张青领兵五千前往寨西埋伏。只听寨内炮响，两路齐出接应，合兵冲杀上关。 万一我兵中比奸计，即来救应。宋江道：“军师筹划甚善。”当下一一传令，众将遵守，准备去了。再说山世奇在关内得唐兵消息，专听宋兵寨后炮声。后至天明，忽听得关南连珠炮响。唐兵同事骑上关眺望，见宋军寨后晨起，惊其错乱。唐兵道： 此必闻，崔二将后道，可速出关接应。山世奇同使定领精兵一万，先出关冲杀，令唐斌、陆辉领兵一万，随后策应。确定竹径、重粮驻扎关上。当下宋兵见关上冲出兵来，望后急退。山世奇当先驱兵卷杀过来，猛听的一声炮响，宋兵左右撞出两彪军马杀奔前来。 唐斌见宋兵两队杀出，急回马领兵抢上关来，横矛立马于门外。山世奇、史定正在分头厮杀，宋寨中又一声炮响，李逵、鲍旭、项冲、李滚领标枪排手滚杀过来。山世奇只有准备，急招兵回马上关。关前一将立马大叫道：“唐斌在此！” 湖关已属宋朝，山士奇可速下马投降。手起一鱼，早把竹径戳死。山士奇大惊，往之所措，领数十骑往西敌死冲突去了。林冲、张青要夺关隘，也不来追赶，领兵杀上关来。那时李逵等步兵轻捷，已抢上关，急放号炮，同唐兵赶杀，把关军士夺了湖关。 仲良被乱兵所杀，关外史定被徐宁硕翻，北兵四散逃窜，弃下盔甲马匹无数，杀死二千余人，生擒五百余名，降者甚众。须臾，宋先锋等大兵次第入关，唐兵下马拜见宋江道：“唐某犯罪，闻先锋仁义，那时欲奔投大寨，只因无个门路。” 不获拜时尊严，今天甲奇变，使唐某的随鞭凳拾满平生之愿。说罢又拜。宋江打理不迭，慌忙扶起道：“将军归顺朝廷，同宋某荡平叛逆。宋某回朝，保奏天子，自当优叙。”伺候孙立等众将与同文仲荣、崔蛮领两路兵马屯扎关外，听令。 宋江传令文，崔二将入关相见。孙立等统领兵马，且屯扎关外。文仲荣、崔蛮进关参拜宋先锋道：“文某、崔某有缘得是麾下，愿效犬马。”宋江大喜道：“将军等同赚此关，功勋不小。宋某于功绩簿上一一标记明白，即令设宴与唐斌等二人庆贺。” 一面祭典关内外军士，新降兵二万余人，或战马一千余匹，从江都来献功。宋先锋赏劳江左军兵已毕。宋江问唐斌，招得关中兵将多寡？”唐斌道：“城内原有三万兵马，山世奇选出一万守关。金城中兵马尚有二万，正偏将左共十员。那十员乃是孙琦。” 叶生、金鼎、黄月、冷凝、戴美、翁奎、杨春、牛耕、蔡泽。唐斌又道：“田虎视胡关为昭德屏障，胡关已破，田虎势已必矣。”唐某不才，愿为前部去打招德。当下，林川将耿公愿同唐斌为前部。宋江依允。少顷，宋江对文仲荣、催瞒道。 两位速居爆毒山，再比情形。威风久驻，宋某欲令二位管令本部人马，仍往爆毒屯扎，以当一面。待宋某打破招德，那时请将军相会。不知二位意下如何？文仲荣、崔蛮同声答道：“先锋之令，安敢不遵？”当下酒罢，文、崔辞别宋先锋，往爆毒去了。次日。 宋先锋升帐，令戴宗往晋宁卢先锋处探听军情，速来回报。戴宗遵令启程，不提。宋江与吴用计议，奋拨军马攻打昭德。唐斌、耿恭领兵一万攻打东门，索超、张清领兵一万攻打南门，却空着西门，防威胜救兵至，恐内外冲突不便。 又令李逵、鲍旭、项允、李衮领步兵五百为游兵往来接应，令孙立、朱仝、燕顺领兵进关，同樊瑞、马林管领兵马镇守湖关。分拨已定，宋先锋与吴学究统领其余江左，拔寨起行，离昭德城南十里下寨不提。话分两头，却说威胜为省院官。 接得胡关守将山世奇及晋宁田彪告急申文，奏知田虎，说宋兵势大，胡关、晋宁两处危急。田虎升殿，与众人计议，发兵救援。只见班布中闪出一个人，手戴皇冠，身披鹤氅，上前奏道：“臣启大王，臣愿往胡关退敌。”那人姓乔，单名个烈字。 齐仙元是陕西泾原人，其母怀孕梦柴入室后化为鹿，梦觉产烈。那乔烈八岁好使枪弄棒，偶游崆峒山，遇一人传授幻术，能呼风唤雨、驾雾腾云。也曾往九宫县二仙山访道，罗真人不肯接见，令道童传令对乔烈说：“你攻于外道，不悟玄微，待你遇的魔降。” 然后见我，乔烈拂然而返，自是有术，游浪不羁。因他多幻术，人都称他作幻魔君。后来到安定州，本州抗阳五个月雨无涓滴，州官出榜，如有其雨志责者，给信赏钱三千贯。乔烈接榜上坛，甘霖大树。州官见雨足，把这信赏钱不在意了。 也是乔烈何当有事，本处有个歪学究，姓何名才，与本州库吏最密。当下探知此事，他便撺掇库吏把信赏钱大半孝顺州官，其余亲来入己。何才与库吏借贷，也拈得些儿油水。库吏却将三贯钱把与乔烈道：“你有嫩班高数，要这钱也没用头。我这里正向钱粮物资起借不足。” 东挪西搓，你这项信赏钱依着我全且存至库内，日后要用却来陆续支取。乔烈听了，大怒道：“信赏钱原是本州富户协助的，你如何恣意清客库藏粮饷都是民脂民膏，你只顾亲来肥己，买笑追欢，败坏国家许多大事。打死你这乌烂烟派，也与库藏除了一度。” 提起拳头劈脸便打，那库吏是酒色桃虚的人，更兼身体肥胖，未动手先是气喘，那里架隔得住？当下被乔烈拳头脚踢，痛打一顿，狼狈而归，卧床四五日，呜呼哀哉，伤重而死。库吏妻奴在本州投了状子，州官也七分猜着是因信赏钱弄出这事来，压制公文。 差人勾捉凶身乔烈对问，乔烈探知此事，连夜逃回京原收拾，同母离家，逃奔到威胜，更名改姓，扮作全真，把烈字改作清字，起个法号叫做道清。未几，田虎作乱，知道清有术，勾引入伙，捏造妖言，逞弄幻术，煽惑愚民，助田虎侵夺州县。 田虎每事靠道清做主，委封他做护国灵感真人、军师左丞相之职。那时方才出姓，因此都称他做国师乔道清。当下乔道清启奏田虎，愿不领军马往湖关拒敌。田虎道：“国师嫩般替寡人分忧，说还未必。”又见殿帅孙安上殿启奏：“臣愿领军马去援晋宁。” 田虎加封乔道清、孙安为征南大元帅，葛波兵马二万前去。乔道清又奏道：“胡关危急，臣选轻骑星驰往救。”田虎大喜，令枢密院分拨兵将随从乔道清、孙安进征。枢密院得令，选将拨兵，交付二人。乔道清、孙安即日整点军马启程。 那个孙安与乔道清同乡，他也是泾原人生得身长九尺，腰大八围，颇知韬略，履历过人，学得一身出色的好武艺，惯使两口冰铁剑。后来为报复仇，杀死二人，因官府追捕紧急，弃家逃走。他速与乔道清交后，闻知乔道清在田虎手下隧道，遂到威胜投诉乔道清。 到清剑与田虎据敌有功，委受殿帅之职。今日统领十员偏将，军马二万，往救晋宁。那十员偏将是谁？乃是梅玉、秦英、金珍、陆清、毕胜、潘逊、杨芳、冯生、胡迈、陆方。那十员偏将都委受统治之职。当下孙安慈别乔道清。 统领军马望晋宁进发，不提。再说乔道清将二万军马，这团练聂鑫、冯王己统领，随后自己同四员偏将先行。那四员：雷震、倪林、费真、薛灿。那四员偏将都受总管之职，随着乔道清管领精兵二千，星夜望昭得进发，不则一日。 来到昭德城北十里外，前旗探马来报：昨日被宋兵打破湖关，穆金分兵三路攻打昭德城池。乔道清闻报，大怒道：“这厮们嫩般无礼，教他认俺的手段！”领兵飞奔前来。正遇唐兵耿恭领兵攻,攻打北门，忽报西北上有二千余骑到来，唐兵耿恭列阵迎敌。 瞧到清兵马已到，两阵相对，旗鼓相望，南北上离一箭之地。唐斌、耿公看见北阵前四员将所，簇拥着一个先生，立马于红罗宝盖下。那先生怎生模样？但见头戴紫金嵌宝于尾道冠，身穿造岩边烈火锦鹤氅，腰系杂色彩丝绦，足穿云头方赤血。 仗一口昆铁骨剑，做一匹雪花银鬃马，八字眉、闭眼、络腮胡，四方口声语中相似。那先生马前造旗上，今写两行十七个大字，乃是护国灵感真人军师左丞相征南大元帅。巧耿公看罢，惊骇道：“这个人厉害！”两军未及交锋，恰遇李逵等五百游兵突至。 李逵便欲上前，耿公道：“此人是晋王手下第一个了得的，会行妖术，最是厉害。”李逵道：“俺抢上去砍了那撮鸟，却使什么鸟术？”唐斌也说：“将军不可轻敌。”李逵那里肯听，挥板斧冲杀上去。鲍旭、向冲、李衮恐李逵有失，领五百团牌标枪手一起滚杀过去。 那先生呵呵大笑，喝道：“这厮不得狂逞！”不慌不忙，把那口宝剑望空一指，口中念念有词，喝声道：“急！”好好的白日青天，霎时黑雾漫漫，狂风飒飒，飞土扬尘，更有一团黑气，把李逵等五百余人罩住，却似射入黑漆皮袋内一般。 眼前并无一系亮光，一毫也动弹不得。耳畔但听的风雨之声，却不知身在何处。任你英雄好汉，不能插翅飞腾；你便火手金刚，怎逃地网天罗？八臂哪扎，难脱龙潭虎窟。毕竟李逵等众人危困，生死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第九十五回：宋公明忠感后土。 乔道清数败宋兵。话说黑旋风李逵不听唐兵、耿公说话，领众将杀过阵去，被乔道清使妖术困住，五百余人都被生擒活捉，不曾走脱半个。耿公见头势不好，拨马往东，连打两边，预先走了。唐兵见李逵等被陷，军兵慌乱，又见耿公先走，心下寻思道：“乔道清法术厉害。” 唐走不脱时，落得被人耻笑。我闻君是不切死而灭名，至此地位，怎顾得性命？唐斌舍命拈毛纵马冲杀过来。乔道清见他来的凶猛，连忙捏诀念咒，喝声道：“急！”就本阵内卷起一阵黄沙，望唐斌扑面飞来。唐斌被沙弥掩目。 举手无措，早被军士赶上，把左腿呲了一枪，颠下马来，也被活捉去了。原来北军有力，凡谢生擒江左到来，赏赐倍加，所以众将不曾被害。那时唐兵部下一万人马，都被黄沙弥漫，杀的人亡马道，星落云散，军士折其大半。且说林冲、徐宁在东门。 听得城南喊杀连天，急领兵来接应。那城中守将孙琦等见是桥道清旗号，连忙开门接应。李逵等已被他捉入城中去了。只见那耿公同几个败残军卒跑得气喘急促，安歪配侧，头盔也倒在一边。见了林冲、徐宁，方才把马勒住。林冲、徐宁忙问何处军马。耿公七颠八倒的说了两句。 林冲、徐宁吉同耿公投大寨来，恰与王英、扈三娘领三百骑少道得了这个消息，一同来报知宋先锋。耿公把李逵等被乔道清擒捉的事被细说了。宋江闻报大惊，哭道：“李逵等性命休矣！”吴用劝道：“兄长且休烦闷，快理正事。贼人既有妖术。” 当速往湖关取樊瑞弟敌。宋江道：“一面去取樊瑞，一面进兵，问那贼盗讨李逵等众人。”吴用苦谏不听。当下宋先锋令吴用统领众将守寨，宋江亲自统领林冲、徐宁、鲁智深、武松、刘唐、汤隆、李云、玉宝寺八员将左、军马二万，即刻望招德城南杀去。 索超、张清接着合兵一处，摇旗擂鼓，呐喊筛锣，杀奔城下来。却说乔道清进城，升帅府，孙琦等十将参见毕。孙琦等正俗设宴款待，探马忽报宋兵又到。乔道清怒道：“这厮无礼！”对孙琦道：“待我捉了宋江便来。”即上马统领四员偏将。 三千军马出城迎敌，宋兵正在列阵诺战。只见城门开处放下吊桥，门内拥出一彪军来，当先一骑，上面坐着一个先生，正是幻魔军乔道清，仗着宝剑领军过吊桥。两军相迎，旗鼓相望，各把强弓硬弩射住阵脚。两阵中吹动画角，战鼓齐鸣。 宋振李门旗开处，宋先锋出马，玉宝寺捧着帅字旗立于马前，左有林冲、徐宁、鲁智深、刘唐，右有索超、张清、武松、汤龙八元、将左拥护。宋先锋怒气填胸，指着乔道清骂道：“助逆贼道，快放海！我几个兄弟及五百余人，略有迟延，拿住你碎尸万段！”道清喝道。 宋江不得无礼，俺便不放海你，看你怎地拿我！宋江大怒，把鞭梢一指，林冲、徐宁、索超、张青、鲁智深、武松、刘唐一起冲杀过来。乔道清叩齿做法，捏诀念咒，把剑往西一指，喝声道：“急！”霎时有无数兵将从西飞杀过来，早把宋兵冲动。 乔道清又见望北一指，口中念念有词，喝声道：“急！”须臾，天昏地暗，日色无光，飞沙走石，旱得摇天。林冲等众将正杀上前，只见前面都是黄沙黑气，那里见一个敌军？宋军不战自乱，惊得坐下马乱窜咆哮。林冲等急回马拥护宋江，望北奔走。 乔道清招兵掩杀，赶得宋江等军马星落云散，七断八续，呼兄唤弟，觅子寻也。宋江等忙乱奔走，未及半里之地，前面嫩般奇怪，适才兵马来时，好好的平原旷野，却怎么迷迷漫漫，一望都是白浪滔天，天涯无际，却似个东洋大海，就是筑生两翅也飞不过。后面兵马赶来。 眼见的都是个死，鲁智深、武松、刘唐齐声大叫：“难道束手就缚？”三个奋力回身向北杀来。蒙可弟一声霹雳，半空中现出二十余尊金甲神人，把兵器乱打下来，早把鲁智深、武松、刘唐打翻。北军赶上，也被活捉去了。只听得大喊道：“宋江下马受缚，免辱一死。” 宋江仰天叹道：“宋江死不足惜，只是君恩未报，双亲年老无人奉养，李逵等这几个兄弟不曾救得。事到如此，只拼一死，免得被秦兽辱。”林冲、徐宁、索超、张青、汤隆、李云、玉宝四七个头领拥着宋江，团聚一块，都道：“我等愿随兄长为厉鬼杀贼。” 玉宝寺道如此窘迫慌乱的地位，身上又中了两尺，那面帅字旗物是挺挺的捧着，紧紧跟随宋先锋，不离尺寸。北军见帅字旗未到，不敢胡乱上前。宋江等已撤剑在手，都欲自刎。猛见一个人走向前来，止住众人道：“休要如此，众人无忧。我为尊物己，见汝等忠义。” 特莱克那妖水，就汝等归寨。众将看那人时，生的奇异，头长两块肉角，遍体青黑色，赤发裸形，下体穿条黄岩，左手执一个灵铎。那人就地搓把土，望着前面海大般白浪滔天的水之一洒，转眼间就现出原来平地。对众人道：“汝等应有数日灾厄，今妖水已灭。” 可速归营，差人到魏州，方可解救。汝等勉力报国。言讫，化阵旋风，既然不见，众人惊讶不已。保护宋江投奔南来，行过五六里，忽见尘头齐楚，又有一标兵马自南而来，却是吴用同王英、虎三娘、孙新、顾大嫂、谢珍、谢宝领兵一万前来接应。 宋江对吴用道：“不听贤弟之言，险些儿不得相见。”吴用道：“且到寨中再说。”众人次地入到寨里，把那兵败被困玉神的侍备数。吴用以手加额道：“未殿勿己，土神也。兄长忠义，感动厚土之神，土能克水。”宋江等方才醒悟，望空拜谢。此时天色将暮。 有败残军士逃回，说混乱之中又被招德城中孙启、叶生、金鼎、黄月等开南门领兵掩杀，死者甚众，其余四散逃窜。宋江祭奠军士，损折万余。吴用对宋江道：“贼人会使妖术，连胜两阵，可速用计准备，提防劫寨。况我兵惊恐，凡背蛇鬼车、风兵草甲。” 无往非汉制之物，当空着此寨，只将羊蹄点鼓。我等大兵退十里，另扎营寨。当下宋江传令，大兵退十里。吴学究又教宋先锋传令，须分扎营寨，大寨包小寨，于落沟连曲折相对，如李药师六花阵之法。众将遵令，扎寨方毕。忽报樊瑞奉令从湖关驰到。 入寨参见了宋先锋，温之桥道清背细，樊瑞道：“兄长放心，无非是妖术，待樊某明日做法擒他。”吴用道：“他若不来诺战，我这里只按兵不动，待公孙一清到来再做计较。”宋江便令张清、王英、谢真、谢宝领清骑五百，星夜出关，驰往魏州，接取公孙胜。 到此破敌解救，张青等颠扎马匹，辞别宋江去了。当下宋兵身栽鹿角，劳树扎寨，弓上弦，刀出鞘，带甲枕戈，提铃喝号。宋江等秉烛待旦，不提。再说乔道清用术困住宋江，正待上前擒捉，忽见前面水无涓滴，宋江等已遁去，惊疑不已，道：“我这法非同小可。” 他如何便晓得解破？想军中必有一人。当下收兵，同孙琦等人入城，升作帅府。孙琦等一面设宴庆贺。军士将鲁智深、武松、刘唐，又先捉的李逵、鲍旭、项冲、李衮、唐斌绑缚借到帐前。孙琦立在乔道清左侧，看见唐斌，便骂道：“反贼！” 晋王不曾负你，唐斌喝道：“你们的死期也到了。”乔道清叫众人都说姓名上来。李逵睁圆怪眼，倒竖虎须，挺胸大骂道：“贼道听着，我是黑爷爷黑旋风李逵。”鲁智深、武松等都由他问，气愤愤的止不开口。乔道清叫拿纳斯们的军卒上来，无疑时。 刀斧手将军足解道，乔道清一一问过，知道他们都是宋兵中勇将，便对众人道：“你若肯归降，待我奏过晋王，都大大的封你们官爵。”李逵大叫如雷道：“你看老爷辈是什么样人，你却放那鸟屁！你要砍黑爷爷，凭你拿去砍上几百刀，若是黑爷爷皱眉，就不算好汉。”鲁智深。 武松、刘唐等齐声骂道：“妖道，你休要做梦！我这几个兄弟的头可断，这几条铁腿驱不转的。”乔道清大怒，喝叫都推出去，斩起来报。鲁智深呵呵大笑道：“洒家视死如归，今日死的正路。”刀斧手簇拥着众人下去。乔道清心中思想。 我从来不曾见嫩般的硬汉，且留着他们，却在理会。当下乔道清急忙传令，叫军士且把这伙人放转监禁。听后，武松骂道：“燕派反贼，早早把俺砍了干净！”乔道清低头不语。众军卒把李逵等一行人监禁去了。乔道清见三昧神水的法不灵，心中已有几分疑虑，只在城中屯扎。 探听宋兵的动静，因此两家都按兵不动。一连的过了五六日，聂鑫、冯王吉领大兵已到，入城参见乔道清，尽将兵马收入城中扎住。乔道清见宋兵紧守营寨，不来厮杀，料无别谋，整点军马，统领江左同孙琦、戴美、聂鑫、冯王吉等领兵二万，五谷出城。 扎寨城南五龙山，平民进兵。乔道清对孙琦道：“今日必要擒捉宋江，恢复湖关。”孙琦道：“全赖国师相公法力。”当下乔道清统领军马一万，往宋江大寨杀来。小军探听的时，飞报宋先锋。宋江令樊瑞、丹廷邦、魏定国整点军兵，拴缚马匹，准备迎敌。 乔道清在高富处观看宋兵营寨，但见四面八向之有准，前后左右之相救，门户开辟之有法，西湖联络之有度。乔道清暗暗喝彩。只听得宋寨中一声炮响，寨门开处涌出一彪军来，两阵里彩旗招动，驼鼓震天。乔道清下高富，出到阵前，雷震泥林。 费真、薛灿拥护左右，宋振礼惊奇开处，一将纵马出阵，正是混世魔王樊瑞，手仗宝剑，指着乔道清大骂：“贼道，怎敢逞凶？”乔道清心中思忖道：“此人一定会些法术，我且试他一试。”便对樊瑞喝道：“无知败将，敢出慧言？你敢与我比武艺吗？”樊瑞道。 你要比武艺，上前来吃我一剑！两军呐喊擂鼓，樊瑞拍马挺剑，直取乔道清。道清跃马挥剑相迎，二剑并举，两磨相斗。其先误视两骑马脚做一团厮杀，伺候各运神通。只见两股黑气在阵前左旋右转，一往一来的乱滚。两边军士都看得呆了。 樊瑞站到酣处去个破绽，望乔道清一剑砍去，只砍个空，险些儿颠下马来。原来乔道清故意卖个破绽，哄樊瑞砍来，自己却使个乌龙退骨之法，早已归到阵前，呵呵大笑。樊瑞惶恐归阵，宋阵左右门旗开处，左边飞出圣水将军丹廷邦，领五百步兵，尽是黑旗黑甲。 手执团牌标枪，钢叉利刃；右边飞出神火将军魏定国，领五百火军，身穿将衣，手执火器，前后拥出五十辆火车，车上都装芦苇引火之物，军人背上各拴铁葫芦一个，内藏硫磺焰硝、五色烟药，一起点着。那两路军兵，左边的乌云卷地，右边的烈火飞腾，一哄冲杀过来。 北军惊惧欲退，乔道清喝道：“退后折斩！”右手仗着宝剑，口中念念有词。霎时乌云盖地，风雷大作，降下一阵大块冰雹、旺盛水、神火，军中乱打下来，霹雳交加，火焰灭绝，众军被冰雹打得星落云散，抱头鼠窜。丹亭邦、魏定国吓得魂不附体。 举手无措，抵死逃回本阵。圣水神火将军以此翻成画饼。须臾薄散云收，仍是青天白日。地上物是有如鸡卵似拳头的无数冰块。乔道清看宋军时，打得头损额破，眼瞎鼻歪，踏着冰块变滑一跌。乔道清扬武耀威高叫道。 宋兵中再有手段高强、神通广大的吗？樊瑞羞愤焦急，披发仗剑，立于马上，使尽平生法力，口中念动咒语。只见狂风四起，飞沙走石，天愁地暗，日色无光。樊瑞招动人马冲杀过来。乔道清笑道：“量你这鸟术干得甚是！”便也仗剑做法，口中念念有词。 只见风劲随着宋军乱滚，半空中又是一声霹雳，无数神兵天将杀将下来。宋阵中马四人喊，乱窜起来。乔道青铜四个偏将纵军掩杀，樊瑞法术不灵，抵挡不住，回马便走。北军追赶上来，正在万分危急，猛见宋寨中一道金光射来，把风沙冲散。 那些天兵神将都乱纷纷堕落阵前，众人看时，却是五彩之剪救的。乔道清见破了神兵法，大展神通，披法仗剑，捏诀念咒，喝声道：“急！”又使出三昧神水的法来。须臾，有千万道黑气从人鬼方滚来。只见宋振中一个先生骤马出战。 杖口松纹古定剑，口中念念有词，喝声急，猛见半空里有许多黄袍神将飞向北去，把那黑气冲灭。乔道清吃了一惊，手足无措。宋军见这个先生破了妖术，齐声大骂：“乔道清妖贼！如今有手段高强的来了。”乔道清听了这句，羞得彻耳通红，望本阵便退。 乔道清生平逞弄神通，今日垂头丧气，正是总教拘尽三江水，难洗今朝一面羞。毕竟宋镇里破妖术的先生是谁？且听下回分解。第九十六回，幻魔君数窘五龙山，入云龙兵为白骨岭。话说宋镇里破乔道清妖术的那个先生，正是入云龙公孙胜。 他在魏州接了宋先锋将令，即同王英、张清、谢珍、谢宝星夜赶到军前，入寨参见宋先锋。恰遇乔道清逞弄妖法，战败樊瑞。那日是二月初八日，干支是戊午，戊属土。当下公孙胜就请天干神将，克破那人鬼水，扫荡妖氛，献出青天白日。宋江。 公孙胜两骑马同到阵前，看见乔道清羞惭满面，领军马往南便走。公孙胜对宋江道：“乔道清法败奔走，若放他进城，便深根故地。兄长急忙传令，教徐宁、索超领兵五千，从东路抄至南门，截住去路；王英、孙新领兵五千，驰往西门截住。” 如遇乔道清兵败道来，只截他进城的路，不必与他厮杀。宋江依计传令，奋拨众将遵令去了。此时戊时四排时分，宋江同公孙胜统领林冲、张青、汤隆、李云、扈三娘、顾大嫂七个头领，军马二万，赶杀前来。北疆雷震等保护乔道清，且战且走。 前面又有军马到来，却是孙琦、聂心领兵接应，合兵一处。刚到五龙山寨，听得后面宋兵鸣锣擂鼓，喊杀连天，飞赶上来。孙琦道：“国师入寨驻扎，待孙某等与他决一死战。”乔道清在众将面前夸了口，况且自来刑法不曾遇着对手，今被宋兵追破，十分羞怒，便对孙琦道。 你们且退后，待我上前拒敌。即便乐兵列阵，一马当先，雷震等将簇拥左右。乔道清高叫：“水洼草寇，淹得这般欺负人！俺再与你决个胜败。”原来乔道清生长京原，是集西北地面，与山东道路遥远，不知宋江等众兄弟详细。当下宋振礼把其左招右斩。 一起一伏列成阵势，两阵相对，吹动画角，战鼓齐鸣。南阵里黄旗莫动，门旗开处，两骑马出阵，中间马上坐着山东胡宝义及时雨宋公明，左手马上坐的是入云龙公孙逸清，手中仗剑指着乔道清说道：“你那学术都是外道，不闻正法，快下马归顺。” 乔道清仔细看时，正是那破法的先生。但见星官攒玉，鹤长缕金，九宫衣服灿云霞，六甲风雷藏宝诀，腰系杂色彩丝绦，手杖松纹古锭剑，穿一双云凤翅朝鞋，骑一匹黄鬃王首马，八字神眉杏子眼，一步眼口络腮须。当下，乔道清对公孙胜道。 今日偶尔刑法不灵，我如何便降服你？公孙胜道：“你还敢逞弄那鸟术吗？”乔道清喝道：“你也小觑俺！再看俺的法！”乔道清抖擞精神，口中念念有词，把手望费真一招。只见费真手中执的那条点钢枪，却似被人劈手一夺的，忽地离了手，如腾蛇般飞起，望公孙胜刺来。 公孙胜把剑往秦明一指，那条狼牙棍早离了手，迎着钢枪一往一来，风般在空中相斗。两军迭声喝彩，猛可的一声响，两军发喊，空中狼牙棍把枪打落下来，咚的一声，倒插在北军战鼓上，把战鼓朔破。那丝战鼓的军士吓得面如土色。那条狼牙棍。 依然附在秦明手中，恰似不曾离手一般。宋军笑得眼花眉缝。公孙胜喝道：“你在大将面前弄斧！”乔道清又捏诀念咒，把手往北一招，喝声道：“急！”只见北军寨后五龙山凹里，忽的一片黑云飞起，云中现出一条黑龙，张灵骨裂，飞向前来。 公孙胜呵呵大笑，把手也望五龙山一招。只见五龙山凹里如飞电般撤出一条黄龙，半云半雾，迎住黑龙，空中相斗。乔道清又叫青龙快来。只见山顶上才飞出一条青龙，随后又有白龙飞出，赶上前迎住。两军看得目瞪口呆。乔道清仗剑大叫：“赤龙快出帮助！” 须臾，山坳里又腾出一条赤龙，飞舞前来。五条龙向空中乱舞，正按着金、木、水、火、土五行，互生互克，搅作一团。狂风大起，两阵里捧旗的军士被风卷动，一边颠翻了数十个。公孙胜左手仗剑，右手把竹尾望空一掷，那竹尾在空中打个滚。 化成鸿雁般，一只鸟飞起去。须臾，渐高渐大，扶摇而上，直到九霄空里，化成个大鹏，亦若垂天之云。望着那五条龙扑击下来，只听得“刮刺刺”的响，却似青天里打个霹雳，把那五条龙扑打的零散假飘。原来五龙山有段灵异，山中常有五色云线，龙神托梦居民。 因此，起建庙宇，中间供个龙王牌位，又按五方素成青、黄、赤、黑、白五条龙，按方向盘旋于柱，都是泥塑金装彩画就的。当下被二人用法前来相斗，被公孙胜用竹尾化成大鹏，将五条泥龙搏击的粉碎。望北军头上乱纷纷打将下来，北军发喊躲避不迭。 被那年久干硬的泥块打得脸破额穿，鲜血迸流，登时打伤二百余人，军中乱窜。乔道清束手无术，不能解救。半空里落下个黄泥龙尾，把乔道清劈头一下，险些儿将头打破，把个道观打扁。公孙胜把手一招，大鹏既然不见，朱伟仍归手中。乔道清再要使妖术时。 被公孙胜运动五雷正法的神通，头上现出一尊金甲神人，大喝：“乔烈下马受缚！”乔道清口中喃喃呐呐的念咒，并无一毫而灵验，慌得乔道清举手无措，拍马往本阵便走。林冲纵马拈矛赶来，大喝：“妖道休走！”北镇里倪林提刀跃马接住，雷震骤马挺戟助战。 这里汤龙飞马，使铁瓜锤架住，两军叠声呐喊。四元将两对在阵前厮杀。倪林与林冲斗过二十余合，不分胜败。林冲去个破绽，一矛搠中马腿，那马便倒，把倪林颠翻下来，被林冲向心窝割茬的一枪射死。雷震正与汤龙战到酣处，见倪林落马，卖个破绽，拨马便走。 被汤隆赶上，把铁瓜锤罩顶门一下，连盔带头打碎，死于马下。宋江将鞭梢一指，张青、李云、扈三娘、顾大嫂一齐冲杀过来，北军大乱，四散乱窜逃生，杀死者甚众。孙琦、聂心、费真、薛灿保护乔道清，弃了五龙山寨，领兵欲进昭德，转过山坡。 离城上有六七里，只听得前面战鼓喧天，喊声大震。东守小路撞出一标兵来，当先二将乃是金枪手徐宁及先锋索超。两军未及交锋，昭德城内见城外厮杀，守将戴美、翁奎领兵五千开南门出城接应。徐宁、索超分头拒敌，索超分兵二千向北抵敌。 戴美当先，与索超斗十余合，被索超挥金战斧砍为两段。翁奎即领兵入城，索超赶杀上去，杀死北军一百余人，只赶至南门城下。翁奎兵马已是进城去了，即拽起吊桥，紧闭城门。城上擂木炮石如雨般打将下来，索超只得回兵。再说徐宁领兵三千。 拦住北军去路，北军虽是折了一阵，此时尚有二万余人。孙奇、聂心二将敌住徐宁兵马，费真、薛灿无心恋战，领五千兵马保护乔道清投西奔走。这里徐宁力敌孙奇、聂心二将，被北军围裹上来，正是寡不敌众。看看围在该心，却得索超。 宋江南北两路兵都到，孙琦、聂心当不得三面攻击。聂心被徐宁一金枪刺中左臂，坠于马下，被人马践踏如泥。孙琦夺路要走，被张清赶上，手起一枪，朔中后心，撞下马来。北兵大败亏输，三万军马杀死大半。 杀得尸横遍野，流血成河，气下筋骨齐翻，盔甲马匹无数，其余兵马四散逃走去了。宋江、公孙胜、林冲、张清、汤隆、李云、扈三娘、顾大嫂与徐宁、索超合兵一处，共是二万五千。闻桥到青铜废真，薛灿领五千兵马往西逃寻，欲上前追赶。 此时已是深牌时分，兵马鏖战一日，饥饿困罢，宋先锋正欲收拾回寨时息，胡报军师吴用之宋先锋等兵马鏖战多时，特令樊瑞、单廷邦、魏定国整点兵马一万，准备火把火炬前来接应。宋先锋大喜。公孙胜道：“既有这支军马，兄长同众头领回寨时息，小弟同樊。” 单为三位头领领兵追赶乔道清，务要降服那厮。宋江道：“赖贤弟神功，解救灾厄。贤弟远来劳顿，同回大寨歇息了。明日却再理会。”乔道清这厮法破技穷，料无他语。公孙胜道：“兄长有所不知，本师罗真人常对小弟说，泾原有个乔烈，他有稻谷。 曾来访道：“我暂且拒他，因他魔心正重，亦是下土生灵造恶，杀运为中他后来魔心渐退，机缘到来，欲得而服。恰有机缘遇汝，汝可点化他。后来亦得了悟玄微，日后亦有用着他处。小弟在魏州，遵令前来，余路问妖人来历。张将军说：降将耿恭之他背隙，倒是乔道清及惊现乔烈。” 适才见他的法与小弟比肩相似，小弟却得本师罗真人传授五雷正法，所以破的他的法。此城叫做招德，合了本师欲得魔降的法语。若放他逃遁，倘此人堕现魔障，有违本师法旨。此机会不可错过，小弟即刻就领兵追赶，相机降服他。只一席话说得宋江心胸豁然。 称谢不已。当时同众将统领军马回营时西，公孙胜同樊瑞、单廷邦、魏定国统领一万军马追赶乔道清，不提。再说乔道清同费真、薛灿领败残兵马五千，奔窜到昭德城西，欲从西门进城，猛听得鼓角齐鸣，前面密林后飞出一标军来，当先二将。 乃是矮脚虎王英、小尉迟孙新领五千兵排开阵势截住去路，费真、薛灿抵死冲突。孙新、王英奉公孙一清的令，只不容他进城，却不来赶杀，让他往北去了。城中之瞧到青树窘大败亏输，宋兵势大，唯恐城池有失，紧紧的闭了城门，那里赶出来接应。 无疑时，孙欣、王英见公孙胜同樊瑞、单廷邦、魏定国领兵飞赶上来。公孙胜道：“两位头领，且到大寨石溪，待贫道自去赶他。”孙欣、王英依令回寨。此时已是有牌时分。却说乔道青铜费真、薛灿领败残兵，急急如丧家之狗，茫茫似漏网之鱼，望北奔驰。 公孙胜同樊瑞、丹亭邦、魏定国领兵一万，随后紧紧追赶。公孙胜高叫道：“乔道清快下马降顺，休得执迷！”乔道清在前面马上高声答道：“人各为其主，你何故逼我太甚？”此时天色已暮，宋兵燃点火炬、火把，火光照耀如白昼一般。乔道清回顾左右，只有费真。 薛灿及三十余骑，其余人马已四散逃窜去了。乔道清欲拔剑自刎，费真慌忙夺住道：“国事不必如此。”用手向前面一座山指道：“此岭可以藏匿。”乔道清气穷力竭，随同二将驰入山岭。原来昭德城东北有座白骨岭，相传神农尝白骨处，山中有座神农庙。 乔道清同废薛二江屯扎神农庙中，手下只有十五六起，只因公孙胜要降服他，所以容他遁入岭中，不然宋兵赶上，就是一万个乔道清也杀了。话不叙繁，却说公孙胜知乔清遁入白骨岭，即将兵马分四路扎立营寨，将白骨岭四面围住。至二更时分。 忽见东西两路火光大起，却是宋先锋回寨，复令林冲、张清、葛领兵五千，连夜哨探到来，与公孙胜合兵一处，共是二万人马，分头扎寨，围困乔道清。不提。且说宋江次日探知乔道清被公孙胜等将兵马围困于白骨岭，给与吴学究记忆攻城，传令大兵拔寨起营。 到昭德城下，宋江奋波江左到昭德，围得水泄不通。城中守将叶生等坚守城池，宋兵一连攻打二日，城上不破。宋江在城南寨中见攻城不下，十分忧闷。李逵等被陷，不知性命如何，不觉潸然泪下。军师吴用劝道：“兄长不必烦闷。” 只消有几张纸，此城唾手可得。宋江忙问道：“军师有何良策？”当下吴学究不慌不忙，叠着两个指头，说出这条计来。有份叫“兵不血刃孤城破，将士头割百姓安”。必以吴学究说出什么来，且听下回分解。第九十七回，陈建官生安抚，穷英处女做先锋。 话说当下，吴用对宋江道：“城中军马单弱，前日是乔道清妖术，今知乔道清败困，外援不至，如何不惊恐？小弟今晨上云梯观望，见守城军士都有惊惧之色。今当乘其惊惧，开以自新之路，明其利害之机，城中必复将出将，兵不血刃，此城唾手可得。”宋江大喜道。 军师之谋甚善，当下记议写成数十道小玉的兵檄，其词云：“大宋征北正先锋宋世玉、昭德州守城将士军民人等之息，田虎叛逆，法在必诛。其余协从，情有可原。守城将士能反邪归正，改过自新，率领军民开门降纳，定行保奏朝廷，赦罪录用。” 如将士护忠不圈，尔等军民俱系宋朝赤子，素当兴举大义，擒复将士，归顺天朝。为首的定刑重赏，奏请优叙。如执迷逡巡，城破之日，玉石俱焚，皆以米有。特谕：宋江令军士将小玉拴赴箭矢，四面射入城中。 传令各门稍缓攻击，看城中动静。次日平明，只听得城中呐喊震天，四门竖起将旗，守城偏将金顶、黄钺聚集军民，杀死副将叶生、牛耕、冷明，将三个首级悬挂干首，挑事宋军。牢中放出李逵、鲁智深、武松、刘唐、鲍旭、项冲、李衮、唐斌，俱用轿扛抬。 大开城门，拥送出城，军民香花灯烛迎接宋兵入城。宋先锋大喜，传谕各门将佐统领军马，次第入城。兵不血刃，百姓秋毫无犯，欢声雷动。宋江到帅府生坐，鲁智深等八人前来参拜道：“哥哥，万分不得相见了。今赖兄长威力，复得聚首。” 恍如梦中，宋江等众人俱感泣泪下。此后，金鼎黄月率领翁奎、蔡泽、杨春上前参拜，宋江连忙答拜，扶起道：“将军等兴举大义，保全生灵，此不世之勋也。”黄月等道：“某等不能速来归顺，罪不可宁患，反蒙先锋厚礼。” 真是铭心刻骨，誓死图报。黄月等又将鲁智深、李逵等骂贼不屈的事情被细陈说。宋江感气称赞。李逵道：“俺听的说，那贼鸟倒在白骨岭，待俺去砍那粗鸟一百斧，出那口鸟气。”宋江道：“乔道清被一清兄弟围困白骨岭，欲降服他。” 罗真人已有法旨，兄弟不可造次。鲁智深对李逵道：“兄长之命，安敢不遵？”李逵方才肯住。当下宋先锋出榜安抚百姓，赏劳三军。江左标写公孙胜、金鼎、黄月公赐。正在料理军务，忽报神行太保戴宗自晋宁回。戴宗入府参见宋先锋，忙问晋宁消息。 戴宗道：“小弟蒙兄长差遣到晋宁，卢先锋正在攻打城池。他道：待卢某克了城池，却好到兄长处报捷，故此留小弟在彼，一连住了三四日。晋宁急切攻打不下，到今月初六日，事业重务，咫尺不便。卢先锋令军士敲的囊土填积城下，至三更时分，城东北守御稍懈。” 我兵前上土囊，攀援登城，杀死守城将士一十三员。田彪开北门冲突，舍命逃遁，其牙将俱降，获战马五千余匹，投降军士二万余人，杀死者甚众。当下卢先锋克了晋明。天明雾霁，正在安抚料理，忽报威胜田虎差殿帅孙安统领将左十员，军马二万。 前来救援，离城十里下寨。卢先锋即令秦明、杨志、欧鹏、邓飞领兵出城迎敌，卢先锋亲自领兵接应。当下秦明与孙安战到五六十合，不分胜负。卢先锋兵到，见孙安勇猛，卢先锋令鸣金收兵。孙安亦自收兵，各立营寨。卢先锋回寨，说孙安勇猛。 只可智取，不可力敌。次日，奋拨军马埋伏。卢先锋亲自出阵，与孙安战到五十余合。孙安战马忽然前失，把孙安颠下马来。卢先锋喝道：“此非汝战败之罪，快换马来战！”孙安换马，又与卢先锋斗过五十余合。卢先锋佯败奔走，又孙安赶到林子边，一声炮响。 两边伏兵齐出，孙安措手不及，被两边抛出绊马索将孙安绊倒。众军赶上，连人和马生擒活捉。北镇里秦英、陆青、姚约三将齐出，救夺孙安。那边杨志、欧鹏、邓飞齐出接住，六七捉对厮杀。道间深处，只见杨志大喝一声，只一枪将秦英搠下马来。 陆青与欧鹏正斗，被欧鹏卖个破绽，赚陆青一刀砍来，欧鹏把身一闪，陆青砍个空，收刀不迭，被欧鹏照后心一枪刺死。姚约见二人落马，拨马望本阵便走，被邓飞赶上，举铁链当头一下，把姚约连盔透顶打个粉碎。卢先锋驱兵掩杀，北军大犯，杀死四五千人。 北军退十里下寨，我兵得胜进城，众军卒把孙安绑缚解来。卢先锋亲视其父，待以厚礼，劝孙安归顺天朝。孙安见卢先锋如此义气，情愿降顺。孙安对卢先锋说道：“城外尚有七元江左军马一万五千，容孙某出城召他来降。”卢先锋坦然无疑，放孙安出城。 孙安丹骑到北寨，说降七将，都来参见卢先锋。卢先锋大喜，置酒管待。孙安说：“某与乔道清统领兵离威胜，乔道清往救湖关。此人素有妖术，恐送先锋处，离其荼毒。乔道清与孙某同乡，孙某感将军厚恩，愿往湖关探听消息。说乔道清归顺，卢先锋依允。” 遂令小弟领孙安同来报捷。卢先锋令宣赞、郝思文、吕方、郭盛管领兵马二万，镇守晋宁。卢先锋统领其余江左兵马二万，往汾阳进征。戴某昨日于晋宁启程，替孙安也做起身行法。今日余路，以文德兄长兵为昭德。乔道清被困，笔及到城处。 又知兄长大兵进城，特来参见哥哥。孙安现在府门外伺候。宋江大喜，领戴宗引孙安进见。戴宗遵令，领孙安入府，上前参见。宋江看孙安轩昂魁伟，一表非俗，下阶迎接。孙安那头便拜道：“孙某抗拒大兵，罪该万死。”宋江答拜不迭道。 将军反邪归正，与宋某同灭田虎，回朝暴奏朝,朝廷，自当录用。孙安拜谢起立。宋先锋命坐，置酒管待。乔道清妖术厉害，今幸公孙先生解破。宋江道：“公孙易清欲降服他，授以正法。今围困三四日，尚未有降意。”孙安道：“此人与孙某最后。” 当说他来降。当下，宋先锋令戴宗同孙安出北门，到公孙胜寨中相见已毕。戴宗、孙安将来亦被细对公孙胜说了。一清大喜，即令孙安入岭寻觅乔道清。孙安领命，担其上岭。却说乔道清与费真、薛灿与十五六个军士藏匿在神农庙里。 与本庙道人借所些粗米充饥。这庙里只有三个道人，被乔道清等将他累月木化积下的饭来都吃尽了。又见他人众，只得忍气吞声。是日，乔道清听得城中呐喊，便出庙登高崖了望，见城外兵已解围，门内有人马出入，直送兵已是入城，正在嗟叹。 忽见崖畔树林中走出一个樵者，腰插科斧，将扁担做个拐杖，一步步捉脚走上崖来，口中念着个歌道：“上山如挽舟，下山如顺流。挽舟当自戒，顺流常自由。我今上山者，欲为下山谋。”乔道清听了这六句樵歌，心中颇觉恍然，便问道：“你知城中消息吗？”乔走道。 金顶黄月杀了副将叶生，已将城池归顺宋朝。宋江兵不血刃得了昭德。乔道清道：“原来如此。”那乔者说罢，转过石崖，望山坡后去了。乔道清又见一人一骑，寻路上岭，见进庙前。乔道清下崖观看，吃了一惊，原来是殿帅孙安。他为何便到此处？ 孙安下马，上前续礼币。乔道清忙问：“殿帅领兵往晋宁，为何独自到此？领下有许多军马，如何不拦当？”孙安道：“好叫兄长得知。”乔道清见孙安不称国师，已有三分疑虑。孙安道：“且到庙中细细备述。”二人进庙，费真、薛灿都来相见毕。 孙安芳把在晋宁被获投降的事说了一遍，乔道清默然无语。孙安道：“兄长休要胡疑，宋先锋等十分义气，我等投在麾下，归顺天朝，后来亦得个结果。孙某此来，特为兄长。兄长往时曾访罗真人否？”乔道清忙问：“你如何知道？”孙安道。 罗真人不接见兄长，令童子传命说：“你后来欲得魔降。”这句话有吗？乔道清连忙答道：“有，有。”孙安道：“破兄长法的这个人，你认得吗？”乔道清道：“他是我对头，只知他是宋军中人，却不知道他的来历。”孙安道：“则他便是罗真人徒弟，叫做公孙胜，宋先锋的副军师。” 这句法语也是他对小弟说的。此城叫做昭德，兄长法破可不是合了玉德魔降的说话。公孙胜专为真人法旨，要点化你，同归正道，所以将兵马围困，不上山来擒捉。他技法可以胜你，他若要害你，此又何难？兄长不可执迷。乔道青言下大悟，遂同孙安带领费真。 薛灿下令到公孙胜军前，孙安先入营报知，公孙胜出寨迎接，乔道清入寨拜服请罪道：“蒙法师仁爱，为乔某一人治劳大军，乔某之罪已深。”公孙胜大喜，答拜不迭，以宾礼相待。乔道清见公孙胜如此义气，便道：“乔某有眼不识好人，今日得是法师左右。” 平生有幸，公孙胜传命解围，樊瑞等众将四面拔寨兜起。公孙胜率领乔道清、费真、薛灿入城参见宋先锋。宋江以礼相待，用好言抚慰。乔道清见宋江谦和，愈加亲服。少请樊瑞、丹廷邦、魏定国、林冲、张青都到。宋江传令。 将军马尽数收入城中屯驻。当下，宋江置酒庆贺。席间，公孙胜对乔道清说：“足下这法，上等不比诸佛菩萨累劫修来，正如虚空三昧，自有神通；中等不比蓬莱三十六洞真仙，准几十年抽天水火，换水移金，方得超行度世，游戏造化。你不过凭着符咒，吸取一时。” 盗窃天地之精英，假借鬼神之运用，在佛家谓之经，刚禅写法，在仙家谓之幻术。若认此法，便可超凡入圣，岂非毫厘千里之妙？乔道清听罢，似梦方觉，当下拜公孙胜为师。宋江等听公孙胜说的明白玄妙，都称赞公孙胜的神功道德。当日酒散，一宿无话。 次日，宋江令萧让写表，深奏朝廷，得了晋宁、昭德二府，写书申呈诉太尉报捷。其魏州、晋宁、昭德、盖州、灵川、高平六府州县缺的官，其太尉则贤能堪任的，奏请速补更替将领，征进。当下萧让书写停当，宋江令戴宗讥捧，即日启程。戴宗遵令。 拴缚行囊包裹，鸡棚表文书札，选个清洁军士跟随，辞别宋先锋，做起身行法。次日便到东京，先往宿太尉府中呈递书札。恰遇宿太尉在府，戴宗在府前寻得个本府杨于后，先送了些人事银两，然后把书札相反转达太尉。杨虞后接书入府，少请杨虞后出来唤道。 太尉有君旨呼唤头领，戴宗跟随于后进府，只见太尉正在厅上坐地拆书观看。戴宗上前参见太尉道：“正在紧要的时节，来的嫩般凑巧。前日正被蔡京、童贯、高俅在天子面前合奏你的哥哥宋先锋父君杀将，丧失辱国，大肆诽谤，欲皇上加罪。天子犹豫不决。” 却被右正言陈金尚书和蔡京、童贯、高俅诬陷忠良，排挤善类，说汝等兵马以渡湖关险隘，岂知蔡京等期望之罪，以此侮了蔡太师，寻他罪过。昨日奏过天子道：“臣传尊尧录，他尊神宗为尧，即欲善陛下之意，岂知陈金善赏之罪？幸得天子不及加罪。今日的辱捷报。” 不但陈金有言，连我也放下许多忧闷。明日早朝，我将汝奏节表文上达。戴宗在拜称谢，出府觅个寓所安歇。听后不在话下。且说宿太尉次日早朝入内，道君皇帝在文德殿朝见文武。宿太尉拜武山忽必，将宋江节表奏文说：宋江等征讨田虎。 前后共克复六府州县，今差人讥捧解表上文，天子龙颜心悦。素元景又奏道：“正言陈金撰尊尧禄，以先帝神宗为尧，陛下为舜，尊尧何德为罪？陈金素刚正不屈，遇事敢言，素有胆略，启陛下加封陈金官爵。敕陈金到河北监督兵马，必成大功。” 天子准奏，随即降旨，陈金于元官上加升枢密院同知，着他为安抚，统领御营军马二万，前往宋将军前督战，并积赏赐银两，犒劳将左军卒。当下朝散宿太尉回到私地，换戴宗打发回书。戴宗已知有了圣旨，拜辞肃太尉，离了东京，做起神行法，次日已到昭德城中。 往返东京，刚刚四日，宋江正在整点兵马，商议进征。见戴宗回来，忙问奏文消息。戴宗将宿太尉回书呈上，宋江拆开看罢，将书中背细一一对众头领说之。众人都道：“难得陈安府嫩般肝胆，我们也不枉在这里出力。”宋江传令，待接了赤旨，然后进征。 众将遵令，在城屯住，不在话下。却说昭德城北路城县是本府属县，城中守将持方探知乔道清为困时，便星夜差人到威胜田虎处申报告急。田虎手下为省院官，接了路城持方告急申文，正欲奏知田虎，忽报晋宁已失，玉帝三大王田彪、止陶的性命到此。 说言未毕，恰好田彪已到。田彪同省院官入内拜见田虎。田彪放声大哭说：“宋兵势大，被他打破晋宁城池，杀了儿子田石、陈志桃的性命至此，师弟丧尸，臣该万死。”说罢又哭。那边省院官又起奏道。 陈世才接到潞城守将池方申文，说乔国师已被宋兵围困，招得危在旦夕。田虎闻奏大惊，会集文武众官，右丞相太师卞祥、枢密官范全、统军大将马陵等当庭商议。即日，宋江侵夺边界，占了我两座大郡，杀死众多兵将。乔道清已被他围困，汝等如何处置？当有国舅乌黎奏道。 主上勿忧，臣受国恩，愿不领军马，刻日兴师，前往昭德，务要擒获宋江等众，恢复元夺城池。那乌黎国舅原是威胜富户，乌黎入股好使枪棒，两臂有千斤力气，开得好硬功，惯使一柄五十斤重泼风大刀。田虎知他幼美，大有姿色，便娶来为妻。 遂将乌黎封为枢密，称作国舅。当下乌黎国舅又奏道：“臣幼女琼英，晋梦神人教授武艺，觉来便是履历过人。不但武艺精熟，更有一件神异的手段：首飞石子，打击禽鸟，百发百中。近来人都称他做琼始祖。臣宝奏幼女为先锋，必获成功。”天虎随即降旨。 封琼英为郡主，乌黎谢恩方毕，又有统军大将马陵奏道：“臣愿不领军马往汾阳退敌。”田虎大喜，都赐金印虎牌，赏赐明珠珍宝。乌里马陵各拨兵三万，速便起兵前去。不说马陵统领天涯将左将军马望汾阳进发，且说乌黎国就领了王旨兵符。 下教场挑选兵马三万，整顿刀枪弓箭以应器械。归地领了女将琼英卫前部先锋，入内次别田虎百步起身。琼英女领复命，统领军马径奔昭德来。只因这女将出征，有份叫真烈女妇不共戴天之仇，英雄将成琴瑟伉俪之好。 毕竟不知女将军怎生诺战，且听下回分解。第九十八回，张清元配琼英，吴用继镇乌离。话说乌离国舅令郡主琼英为先锋，自己统领大军随后。那琼英年方一十六岁，容貌如花的一个处女，原非乌里亲生的。他本宗姓仇，府名申，祖居汾阳府介休县，地名绵上。 那棉上，即春秋时晋文公求借之推不获，以棉上为之田，就是这个棉上。那仇深颇有家资，年已五旬，尚无子嗣，又值丧偶，续娶平遥县宋有烈女儿为继室，生下琼英。年至十岁时，宋有烈身故，宋氏随即同丈夫仇深往奔赴丧。 那平遥是介休临县，相去七十余里。宋氏因路远仓促，刘琼英在家吩咐主管叶青夫妇看管服侍，自己同丈夫行至中途，突出一伙强人，杀了仇身，赶散庄客，将宋氏掳去。庄客逃回，报之叶青。那叶青虽是个主官，倒也有些义气，也会使强弄棒。妻子安氏。 颇是谨慎。当下，叶青报知仇家亲族，一面呈报官司，捕捉强人；一面埋葬家主尸首。仇视亲族，屹立本宗一人，承继家业。叶青同妻安氏两口看管小主女琼英。过了一年有余，直田虎作乱，占了威胜，遣乌黎奋兵掠，到介休棉上抢劫资财，掳掠南妇。 那仇氏四子被乱兵所杀，叶青夫妇及琼英女都被掳去。那屋里也无子嗣，见琼英眉清目秀，引来见老婆倪氏。那倪氏从未生育的，一见琼英便十分爱她，却似亲生的一般。琼英从小聪明，百灵百俐，料到在此不能托生，又举目无亲，见倪氏爱她。 便对倪氏说：“向屋里讨了叶青的妻安氏进来，因此安氏得与琼英坐卧不离。那叶青被掳时，他要脱身逃走，却思想琼英年幼，家主主母只有这点骨血，我若去了，便不知死活存亡。幸得妻子在彼，倘有机会，同他们脱得患难，家主死在九泉之下，亦是瞑目。” 因此只得随顺了乌黎，征战有功，乌黎将安氏给还叶青，安氏自此得出入帅府，传递消息与琼英。乌黎又奏过田虎封叶青做个总管，叶青后被乌黎差往石室山采取牧师，部下军士向山冈下指道：“此处有块美石，白塞霜雪，一毫瑕疵儿也没有。” 土人欲采取他，却被一声霹雳，把几个采石的精死。半上方醒，因此人都捏指相见，不敢近他。叶青听说，同军士到缸下看时，众人发声喊，都叫道：“奇怪！是财物是一块白石，却怎么就变做一个妇人的尸骸？”叶青上前仔细观看，嫩般奇怪，原来是主母宋氏的尸首。 面貌物是如生，头面破损处却似坠缸撞死的。叶青惊讶涕泣，气正在梅里会楚，却有本部内一个君主，他原是田虎手下的马宇，当下将宋氏被掳身死的根因一一被细说道。昔日大王初起兵的时节，在介休地方掳了这个女子，欲将她做个压寨夫人。那女子哄大王放了绑缚，行到此处。 被那女子将身窜下高缸撞死，大王见他撞死，叫我下缸剥了他的衣服首饰。是小的服侍他上马，又是小的包他的衣服，面貌认得仔细，千真万真是他。今已三年有余，尸骸如何物是好好的？叶青听罢，把那无穷的眼泪都落在肚里去了，便对军士说：“我也认得不错。” 却是我的旧邻宋老的女儿。叶青令军士挑土来眼上前看时，仍旧是块白石。众人十分惊讶，叹息，自去干那采石的事。事毕，叶青回到威胜，将田虎杀仇深、鲁宋氏、宋氏守节撞死这段事，叫安氏密传与琼英知道。琼英知了这个消息，如万箭攒心。 日夜吞声饮气，珠泪偷弹，思报父母之仇，时刻不忘。从此每夜合眼，便见神人说：“你欲报父母之仇，待我教你武艺。”琼英心灵性巧，觉来都是记得，他便敲的拿根杆棒，拴了房门，在房中演习。自此日久，武艺精熟。 不觉挨至宣和四年的季冬，琼英一息，偶尔伏击假寐，猛听得一阵风过，便觉异香扑鼻。忽见一个秀士头戴折角巾，引一个绿袍年少将军来，教琼英飞十字打击。那秀士又对琼英说：“我特往高平，请得天劫星到此，教汝艺术，救汝李虎窟，报亲仇。”此位将军。 又是汝素世姻缘，琼英听了“素世姻缘”四字，羞赧无地，忙将秀儿遮脸。才动手，却把桌上剪刀拨动，铿然有声。猛然惊觉，寒月残灯依然在目，似梦非梦。琼英兀坐，呆想了半晌，方才歇息。次日，琼英上记得飞石子的法。 便向墙边捡取鸡卵般一块原石，不知高低，是向卧房脊上的鸱尾打去。正打个着，一声响亮，把个鸱尾打得粉碎，乱纷纷抛下地来。却惊动了泥氏，忙来询问。琼英将巧言之无道，夜来梦神人说：汝父有王侯之分，特来教导你的艺术武艺，助汝父成功。是才，是将石子飞去。 不想正打中了痴尾，倪氏惊讶，便将这段话报之屋里。那屋里如何肯信？随即唤出琼英询问，便把枪、刀、剑、戟、棍、棒、叉把式他，果然件件精熟，更有飞石子的手段，百发百中。乌离大惊，想到我真个有福分，天赐一人助我。 因此，终日教导琼英驰马试剑。当乌离家中将琼英的手段传出去，轰动了威盛城中人，都称琼英做琼始祖。此时乌黎则，乌离欲择家婿匹配琼英，琼英对倪氏说道：“若要匹配，只厨师一般会打十的；若要配与他人，奴家只是个死。”倪氏对乌离说了。乌离见琼英题目太难。 把则叙事遂而停止。今日屋里想着“王侯”二字，蒙了一心，因此保奏琼英做先锋，欲成两家争斗，他于中取士。当下屋里挑选军兵，拣责江左离了威胜，拨精兵五千，令琼英为先锋，自己统领大军，随后进征。不说屋里琼英进兵。 却说宋江等在昭德寺后迎接陈安府，一连过了十余日，方报陈安府军马已到。宋江引众将出郭远远迎接，入到昭德府内歇下，全为行军帅府。诸将头目进来参见，失礼已毕。陈安府虽是素知宋江等忠义，都无有与宋江敌面相会，今日见宋江谦恭仁厚，愈加亲近，说道。 圣上之先锋屡建奇功，特差下官到此监督，就积赏赐金银缎匹车载前来给赏。宋江等拜谢道：“某等敢安抚相公，极力保奏，今日得受厚恩，皆出相公之赐。某等上受天子之恩，下感相公之德。宋江等虽肝脑涂地，不能补报。”陈安抚道：“将军早建大功，班师回京。” 天子必当重用。宋江在拜称谢道：“请樊安抚相公镇守昭德，小将分兵攻取田虎巢穴，教他首尾不能相顾。”陈安抚道：“下官离京时已奏过圣上，将近日先锋所得州县，现今缺的府县官员，尽以下该部速行推补。乐县启程，不日便到。”宋江一面将赏赐散军将。 一面写下军帖，差神行太保戴宗往各府州县镇守头领处传令，四新官一道，即行交代。乐兵前来听调，到各府州传令已了，再往汾阳探听军情回报。宋江又将河北降将唐斌等攻绩深城、陈安府，就荐举金鼎、黄岳镇守湖关、暴毒更替孙立、朱仝等将左前来听用。 陈安甫一一一月，忽有刘星探马报将来，说道：“田虎插马陵统领江左军马往救汾阳，又差乌离国救同琼英郡主统领江左，从东杀至襄垣了。”宋江听罢，与吴用商议，奋波江左迎敌。当下将将乔道清说道：“马陵素有妖术，亦会神行法，暗藏金砖打人。” 百发百中，小道蒙先锋收录未曾出的气力，愿与吴师公孙义清同到汾阳，说他来将。宋江大喜，即拨军马二千，与公孙胜、乔道清带领前去。二人辞别宋江，即日领军马启程，往汾阳去了。不提。再说宋江传令索超、徐宁、单廷邦、魏定国、汤龙。 唐斌、耿恭统领军马二万，攻取潞城县。再令王英、扈三娘、孙新、顾大嫂领骑兵一千，先行少探北军虚实。宋江辞了陈安府，统领吴用、林冲、张清、鲁智深、武松、李逵、鲍旭、樊瑞、向冲、李衮、刘唐、谢真、谢宝、林震、裴宣、萧让、宋清、金大坚。 安道全、蒋静、玉宝四、王定六、孟康、乐和、段景柱、朱贵、黄甫端、侯建、蔡福、蔡庆及新将将孙安，共正偏将左三十一员，军马三万五千，离了昭德，往北进发。前队少探将左王英等已到襄原县界，五阴山北早遇北将叶青、胜本少探到来，两军相撞。 擂鼓摇旗，北将盛本立马当先。宋镇李王英骤马出阵，更不打话，拍马拈枪，直抢盛本。两军呐喊，盛本挺枪纵马迎住。二将斗敌十数合之上，扈三娘拍马舞刀来助丈夫厮杀。盛本敌二将不过，拨马便走。扈三娘纵马赶上。 挥刀把成本砍翻，撞下马来。王英等驱兵掩杀，叶青不敢抵敌，领兵马急退。宋兵追赶上来，杀死军士五百余人，其余四散逃窜。叶青只领得百余骑，奔至襄垣城南二十里外，琼英军马已到扎寨。原来叶青于半年前被田虎调来，同主将徐威等镇守襄垣。 近日听得琼英领兵为先锋，叶青禀过主将徐威，领本部军马哨探，欲乘机相见主女。徐威又令偏将圣本同去，却好被扈三娘杀了，恰遇琼英兵马。当下叶青入寨参见主女，见主女长大，虽是个女子，也觉威风凛凛，也像个将军。琼英认的是叶青，斥退左右。 对叶青道：“我今日虽离虎窟，手下只有五千人马，父母之仇如何得报？欲脱身逃遁，倘比知觉，反离其害。正在踌躇，却得如来。”叶青道：“小人正在思想计策，却无门路。倘有机会，即来报之。”说还未必，胡豹南军江左领兵追杀到来。 琼英披挂上马，领军迎敌。两军相对，旗鼓相望，两边列成阵势。北阵里门旗开处，当先一骑银鬃马上，坐着个少年美貌的女将，粉生模样？但见金钗插凤，眼映乌云；铠甲披银，光漆瑞雪；踏宝邓斜翘肩红；提画戟，手梳嫩玉；柳腰端胯。 蝶胜带紫色飘摇，玉体轻盈；挑袖袍红霞笼罩，脸堆三月桃花，眉扫初春柳叶。锦带暗藏打江时，年方二八女将军。女将马前旗号写的分明，平南先锋将郡主琼英。南镇军将看罢，个个喝彩。两镇里花枪驼鼓喧天，杂彩绣旗蔽日。 矮脚虎王英看见是个美貌女子，骤马出阵，挺枪飞抢琼英。两军呐喊，那琼英拍马拈戟来战，二将斗到十数余合，王矮虎拴不住一马心猿，枪法都乱了。琼英想到这厮可恶，去个破绽，只一戟刺中王英左腿，王英两脚蹬空。 头盔倒着撞下马来，扈三娘看见伤了丈夫，大骂贼泼见小淫妇，焉敢无礼！飞马抢出来救王英，琼英挺起，接住厮杀。王英在地挣扎不起，北军拥上来捉王英。那边孙新、顾大嫂双出死救回阵。顾大嫂见扈三娘斗琼英不过，使双刀拍马上前助战。 三个女将，六条臂膊，四把钢刀，一支画戟，各在马上相迎着，正如风飘玉屑，雪洒琼花。两阵军士看得眼也花了。三女将斗到二十余合，琼英望空虚刺一戟，拖起拨马便走。扈三娘、顾大嫂一起赶来。琼英左手带住画戟，右手拈石子，将柳腰扭转。 星眼斜缩，去定护三娘，指一石子飞来，正打中右手腕。护三娘腹痛，早撇下一把刀来，拨马便回本阵。顾大嫂见打中护三娘，撇了琼英来救护三娘。琼英勒马赶来，那边孙心大怒，舞双鞭拍马抢来，未及交锋，早被琼英飞起一石子，的一声。 正打中那熟铜狮子盔，孙新大惊，不敢上前，急回本阵保护王英、扈三娘，领兵退去。琼英正欲驱兵追赶，猛听的一声炮响。此时是二月江中天气，只见柳梢旗乱拂，花外马频嘶。山坡后冲出一标军来，却是林冲、孙安及步军头领李逵等，奉宋公明将令。 领军接应，两军相撞，擂鼓摇旗，两阵里叠声呐喊。那边豹子头林冲挺丈八蛇矛，立马当先；这边穷使族穷英年方天画戟，纵马上前。林冲见是个女子，大喝道：“那泼剑怎敢抗拒天兵？”穷英更不打话，拈几拍马，直抢林冲。林冲挺矛来斗。 两马相交，军器并举，斗无数合。琼英遮拦不住，卖个破绽，虚刺一戟，拨马望东便走。林冲纵马追赶。南阵前，孙安看见是琼英旗号，大叫：“林将军不可追赶，恐有暗算。”林冲手段高强，那里肯听？拍马紧紧赶将来。那绿茸茸草,草,草地上，八个马蹄翻展撒脖般。 博拉拉地风团也四般走。琼英见林冲赶得至近，把左手虚提画戟，右手便向袖带中摸了石子，扭回身去定林冲面门较近，一石子飞来。林冲眼明手快，将矛柄拨过了石子。琼英见打不着，再拈第二个石子，又望林冲打来，手起处真似流星掣电，石子来。 吓得鬼哭神惊，林冲几躲不迭，打在脸上，鲜血迸流，脱毛回阵。琼英勒马追赶，孙安正带上前，只见本阵军兵分开条路，中间飞出五百步军，当先是李逵、鲁智深、武松、谢真、谢宝五员贯布战的猛将。李逵手板斧直抢过来，大叫：“那婆娘不得无礼！” 琼英见他来的凶猛，手拈石子望李逵打去，正中额角。李逵也吃了一惊，幸得皮老骨硬，只打得疼痛，却是不曾破损。琼英见打不到李逵，跑马入阵。李逵大怒，虎须倒竖，怪眼圆睁，大吼一声，直撞入去。鲁智深、武松、谢真、谢宝恐李逵有失，一起冲杀过来。 孙安那里阻挡得住，琼英见众人赶来，又一石子，早把谢真打翻在地。谢宝、鲁智深、武松急来扶救。这边李逵只顾赶去，琼英见他来的至近，忙飞一石子，又中李逵额角，两次被伤，方才鲜血迸流。李逵中是个铁汉，那战黑脸上带着鲜红的血。 雾是火辣辣的挥双斧撞入阵中，把北军乱砍。那边孙安见琼英入阵，招兵冲杀过来。恰好屋里领着徐威等正偏将左八员统领大军已到，两边混杀一场。那边鲁智深、武松救了谢真，翻身杀入北阵去了。谢宝扶着哥哥不便厮杀，被北军赶上，撒起绊索将谢真。 谢宝双,双双横拖倒拽，捉入阵中去了。步兵大败，奔回，却得孙安奋勇鏖战，只一箭把北将唐显砍,砍下马来。乌黎被孙安手下军卒放冷箭射中脖项，乌黎翻身落马。徐威等死就上马。琼英众将见乌黎中箭，即鸣金收兵。南面宋军又到，当先马上一将。 却是没遇见张青，在寨中听刘星报马说，北镇里有个飞石子的女将，把扈三娘等打伤。张青听报惊异，禀过宋先锋，即披挂上马，领军到此接应，要认那女先锋。那边琼英已是收兵，保护屋里转过长林，望香园去了。张青立马筹望，有诗为证：家人回马秀旗扬。 士卒将军个个忙，引入长林人不见，百花丛里隔红妆。当下孙安见谢珍、谢宝被擒，鲁智深、武松、李逵三人杀入阵去，欲招兵追赶，天色又晚，只得同张青保护林冲收兵回大寨。宋江正在声帐，令神医安道全看指王英。 众将上前看王英时，不止伤足，连头面也磕破。安道全夫至已毕，又来疗治林冲。宋江见说，现了解真，谢宝及李逵等三人不知下落，十分忧闷。无疑时，只见武行者同了李逵杀得满身血污，入寨来见宋江。武松诉说：小弟见李逵杀得兴起。 只顾上前，兄弟帮他厮杀，杀条血路冲透北军，直至城下。只见北军绑缚着谢珍，谢宝，欲进城去，被我二人杀死军士，夺了谢珍。谢宝。被徐威等再军赶来，复夺去谢珍。谢宝。我二人又杀开一条血路，空手到此，只不见鲁智深。宋江听说。 满眼垂泪，差人四下跟寻探听鲁智深踪迹，又令安道全扶至李逵。此时已是黄昏时分，宋江祭奠军士，损折三百余名，当下紧闭寨栅，提铃喝号，一宿无话。次早，军事回报，鲁智深并无影响。宋江越天忧闷，在岔乐和、段景柱。 朱贵、玉宝寺、各领清洁军士，分四路寻觅。宋江欲领兵攻城，怎奈头领都被打伤，只得按兵不动。城中紧闭城门，也不来厮杀。一连过了二日，只见玉宝寺获得奸细一名，解进寨来。孙安看那个人，却认得是北将总管叶青。孙安对宋江道：“某闻此人素有义气。” 他独自出城，其中必有缘故。宋江叫军士放了绑缚，唤他上前。叶青望宋江磕头不已，道：“某有机密事，启元帅平退左右，待叶某被系上陈。”宋江道：“我这里弟兄通是一般长度，但说不妨。”叶青方才说：“城中屋里，前日在镇上中了药箭，毒发昏乱。” 城中一人疗治无效，叶某趁此特借访求一人出城探听消息。宋江便问：“前日拿我二将如何处置了、啊？”叶青道：“小人恐伤二位将军，城无离混乱，小人假传将令，把二位将军权且监后，如今好好的在那里。”叶青又把求身夫妇被田虎杀害、掳掠及琼英的上相时。 背述了一遍，说罢，悲痛失声。宋江见说这段情由，颇觉凄惨。因见叶青是北将，恐有诈谋，正在疑虑。只见安道全上前对宋江道：“真个姻缘天凑，是非偶然。”他便一五一十的说道：“张将军去东，也梦什么秀士，请他去教一个女子飞时，又对他说是将军素世姻缘。” 张清觉来吃，想成疾。彼时蒙兄长着小弟同张清住高平疗治他，小弟诊治张清脉息，知道是七情所感。被小弟再三盘问，张将军方肯说出病根。因是手到病痊。今日听叶青这段话，却不是与张将军符合。宋江听罢，再问降将孙安，孙安答道。 小将颇闻的琼英不是乌里嫡女，孙某部下牙将杨芳与乌里左右相交最密，也知琼英被戏。叶青这段话绝无虚伪。叶青又道：“主女琼英素有报仇雪耻之志，小人见他在镇上连犯虎威，恐城破之日玉石俱焚。今日小人冒万死到此。” 恳求元帅。吴用听罢，起身熟视叶青一回，便对宋江道：“看他色惨情真，诚意是也。天助兄长成功，天教孝女报仇。”便向宋江附耳低言说道：“我兵虽分三路合剿，倘田虎结连金人，我兵两路受敌，纵使金人不出，田虎既穷。” 必然降金，似此如何成的荡平之功？小生正在策划，欲得个内应。今天假其变，有张将军这段姻缘，只除如此如此。田虎首级只在琼英手中。李逵的梦，神人已有预兆。兄长岂不闻要移田虎族，须携琼使族这两句吗？宋江省悟，点头一冲，急唤张清。 安道全、叶青三人密语受记，三人领计去了。去说襄垣守城将士，只见叶青回来，高叫：“快开城门！我乃乌府偏将叶青，奉差寻访一人全灵全语到此。”守城军士随即到幕府传鼓通报，须臾传出令箭，放开城门。叶青带领全灵。 全宇进城，到了国舅幕府前，里面传出令来，说唤一人进来看旨。叶青即同全灵进府，随行军中服侍的半当人等，禀知郡主琼英。引全灵到内里参见琼英已毕，直到屋里卧榻前，只见口内一丝两气。全灵先诊了脉息，外使敷贴之药，内用长托之气。 三日之间，渐渐皮肤红白，饮食渐进。不过五日，疮口虽然未完，饮食复旧。乌黎大喜，交叶青唤一人全灵入府参见。乌黎对全灵说：“赖足下神术疗治，疮口今渐平复，日后富贵与汝同享。”全灵拜谢道：“全某笔术何足道哉？” 权某有嫡弟权宇，久随权某在江湖上学得一身武艺，现今随权某在此修制药饵，求相公提拔。无离传令叫权宇入府参见。无离看见权宇一表非俗，心下颇是喜欢，令权宇在府外伺候听用。权灵、权宇拜谢出府。一连又过了四日，胡豹、宋江领兵攻城。 叶青入府报知乌黎，说宋江等兵强将勇，须是郡主方可退敌。乌黎闻报，随即带领琼英入教场整点兵马。只见全宇上演舞厅禀道：“蒙恩下令，小人伺候听用。今闻兵马临城，小人不才，愿领兵出城，教他片甲不回。”当有总管叶青假意大怒，对全宇道。 你敢出大言，敢与我比试武艺吗？全宇知道我十八般武艺，自小习学，今日正要与你比试。叶青来禀乌离，乌离一允，赋予枪马。二人各绰枪上马，在演武厅前来来往往，翻翻覆覆，搅作一团，扭作一块。鞍上人斗人，坐下马斗马，斗了四五十合，不分胜负。 此时，琼英在旁侍立，看见全宇面貌，心下惊疑道：“却像那里曾私见过的枪法与我一般。”思想一回，猛然醒悟道：“梦中教我飞时的，正是这个面庞，不知会飞时也不。”便拈几咒马进前，将画几隔开二人。这是琼英恐夜轻伤了全宇，却不知叶青已是一路的人。琼英挺戟。 直抢全宇，全宇挺枪迎住，两个又斗过五十余合。琼英获得回马，望演武厅上便走。全宇旧是离赶将来，琼英拈取石子，回身去定全宇肋下空处，只一石子飞来。全宇早已瞧科，将右手一绰，轻轻的接在手中。琼英见他接了石子，心下十分惊异，再取第二个石子飞来。 全宇见琼英手起，也将手中接的石子应手飞去。只听得一声响亮，正打中琼英飞来的石子，两个石子打的雪片般落江下来。那日城中将士徐威等聚个分守四门，教场中只有牙将校尉，也有猜疑这个人是奸细，因见郡主琼英是金枝玉叶，也和他比试。 又是乌离部下亲密将左叶青引进来的，他们如何敢来启齿？眼见的城池不济事了，个人自私随风转舵，也是田虎合败，天尺乌离之破，使他昏暗。当下幻全宇上听，赐了一甲马匹，即令全羽领兵二千出城迎敌。全羽拜谢，遵令出城，杀退宋兵，进城报捷。 乌黎大喜，当日赏劳全宇歇息一宿无话。次日宋兵又到，乌黎又令全宇领兵三千出城迎敌，从陈到武鏖战多时，被全宇用石打得宋江乱窜奔逃。全宇招兵掩杀，只赶过五阴山，宋江等抵敌不住，退入昭德去了。全宇得胜回兵，进城报捷。 屋里十分欢喜。叶青道：“今日恩主有了此人及郡主琼英，何患宋兵将猛？何患大事不成？”叶青又说：“郡主前已有愿，只除是一般会飞时的，方愿匹配。金泉将军如此英雄，也不辱了郡主。”当下被叶青再三撺掇，也是琼英夫妇因缘凑合，赤绳既定，解拆不开的。 乌梨依允，则急于三月十六日备办各项礼仪筵宴，招赘张青为婿。是日笙歌戏乐，锦堆绣簇，筵席九瑶之盛，洞房花烛之美，是不必说。当下宾相赞礼，全玉与琼英披红挂锦，双双儿交拜神雕，后拜乌里假月帐，鼓乐喧天，异香扑鼻，引入洞房，山盟海誓。 全宇在灯下看那琼英时，与教场内又是不同。有词《元和令》为证：“指头嫩似莲塘藕，腰肢若比章台柳。凌波不出寸金流，桃腮映带翠眉羞。今宵灯下一回首，总是玉天仙，设想巫山秀。”当下全宇琼英如鱼似水，似漆如胶，又不必说。当夜全宇在枕上。 方把真姓名说出，原来是宋军中正将梅雨见张青，这个一世全灵，就是神医安道全。琼英把向来冤苦背细诉说，两个唧唧哝哝的说了一夜。挨了两日，被他两个里应外合，震死乌离，密唤徐威入府议事，也将他杀了。其余军将皆降。张青、琼英下令：城中有走透消息者。 同武中人并斩，本犯不论军民，皆以三族。因此水泄不通。又放了谢珍、谢宝同张清、叶青分手四门。安道全同叶青部下军卒出城到昭德，报知宋先锋。吴用又令李逵、武松黑夜里保护圣手书生萧让到襄垣相见。琼英、张清，搜泥屋里笔记。 假写乌离字样，身闻书札，令叶青机领到威胜，报知田虎招赘少马之事，就与中相机行事。叶青机领辞别张清、琼英，望威胜去了。再说宋江在昭德城中，财差萧让、安道全去后，又报索超、徐宁等将攻克潞城，差人来报结因说，索超等领兵围潞城，持方坚闭城门。 不敢出来接战。徐宁与众将设计，令军士裸行大骂，激怒城中军士。城中人人欲战，池方不能阻挡，开门出战。北军奋勇，四门杀出。我军且战且退，又北军四散离城，却被唐斌从东路领军突出，汤龙从西路引兵撞来。东西二门守城军士闭门不迭，被汤龙。 唐边二将领兵杀入城中，夺了城池。徐宁朔翻了池方，其余将左杀的杀了，走的走了，杀死北兵五千余人，夺得战马三千余匹，降服了万余军士。索超等将入城安抚百姓，特此先来报捷。其余军民户口、库藏金银，另行造册呈报。宋江闻报大喜。 即令申城陈安府并标路所抄等公赐赏赐来人。即写军帖，着他回报，带个路兵到来，一齐进兵。军人望路城回复去了，不提。却说威胜田虎处为省院官，见探马洛邑来报说，乔道清、孙安都已降服，又报昭德路城已破。省院官即日奏知田虎。 田虎大惊，与众多将佐正在计议，忽报襄垣守城偏将叶青击领国就舒札到来。田虎急命宣进，只因这叶青进来有份教威圣城中薛平少聚强徒，五乡县里活捉谋王反贼。毕竟田虎看了无离身文，怎么回答？且听下回分解。第九十九回，花和尚解脱原禅景。 混江龙水灌太原城。话说田虎接的叶青深文拆开赋予近世识字的读与寡人听。书中说，陈乌离、赵坠全宇为婿。此人识人骁勇，杀退宋兵。宋江等退守昭德府。陈乌离即日再令臣女郡主琼英同全宇领兵恢复昭德城。金遣总管叶青报捷。 并已婚配饰凤纹，起大王恕臣善配之罪。田虎听罢，减了七分忧色，随即传令封全宇为中兴平南郡马之职，仍令叶青同两个为指挥使，即领令旨及花红、锦缎、银两到襄垣县封赏郡马。叶青拜赐田虎，同两个为指挥使往襄垣进发，不提。 却说前日神行太保戴宗奉送功名将令，往各府州县传遍军帖已毕，投汾阳府卢俊义处探听去了。其各府州县新官陆续已到，各路守城将佐随即交与新官治理。诸将统领军马，次第都到昭德府。第一队是魏州守将关胜、呼延灼，潼湖关守将孙立、朱仝。 燕顺、马林、豹犊山守将文仲荣、崔军马到来，入城参见陈安府。宋江已毕，说水军头领李俊探听的路程已刻，即同张衡、张顺、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童威、童猛统驾水军船只，自渭河出黄河，由黄河到潞城县东路水，聚集听调。 当下，宋江置酒叙阔。次日，令关胜、呼延灼、文仲荣、崔领兵马到潞城，传令水军头领李俊等，协同汝等及索超等人马，进兵攻取余社、大谷等县。超出威胜州贼巢之后，不得疏于，恐贼计穷，投降金人。关胜等遵令去了。此后，灵川县守城将士李应。 柴进、高平县守城将士史进、穆弘，盖州守城将士花荣、董平、杜兴、施恩，各个交代与新官，领军马到来参见已毕。称说花荣等将在盖州镇守。北江山世奇从湖关战败，领了败残军士，纠合福山县军马来寇盖州，被花荣等两路伏兵齐发，活擒山世奇，杀死二千余人。 山石齐遂降，其余军将四散逃窜。当下花荣等引山士旗令参宋先锋，宋江令置酒接风相叙。宋江等军马只在昭德城中屯驻。杨氏惧怕张清、琼英之意，以兼田虎之心，不在话下。且说卢俊义等已克汾阳府，田豹败走到孝义县，恰遇马陵兵道。 那马灵是涿州人，素有妖术，脚踏烽火二轮，日行千里，因此人称他做神驹子。又有金砖法，打人最是厉害。凡上阵时，额上又现出一只妖眼，因此人又称他做小华光。树在乔道清之下，他手下有偏将二员，乃是武能徐锦。那二将都学了马灵的妖术。 当下，马陵与田豹合兵一处，统领武能、徐锦、索贤、党世龙、灵光、段仁、苗成、陈轩并三万雄兵，到汾阳城北二里外扎寨。南军江左连日与马陵等交战不利，卢俊义引兵退入汾阳城中，不敢与他厮杀，只愁北军来攻城池。正纳闷，忽有守东门军士飞报将来。 说：“送先锋特差公孙胜、乔道清领兵马二千前来助战。”卢俊义忙叫开门请进。相见已毕，卢俊义一一、公孙胜上座，乔道清次之，置酒管待。卢俊义诉说马灵术法厉害，被他打伤了雷横、郑天寿、杨雄、石秀、焦挺、邹渊、邹润、公望、丁德孙、石勇、数员江左。 卢某正在束手无策，却得二位先生到此。乔道清说道：“小道与吴师为此禀过宋先锋，特到此拿他。”说还未必，只见守城军飞报将来，说马陵领兵杀奔东门来；武能、徐瑾领兵到西门；田豹同素贤、党世龙、灵光、段仁领兵杀奔北门来。公孙胜听报，说道。 贫道出东门敌马陵，乔贤弟出西门擒武能，徐锦、卢先锋领兵,兵出北门迎敌田豹。卢俊义又教黄信、杨志、欧鹏、邓飞四将统领兵马。助以清先生，当下戴宗闻马陵会神行，也要同公孙胜出去。卢俊义医院，再令陈达、杨春、李忠、周通领兵马助乔先生。 卢俊义同秦明、宣赞、郝思文、韩涛、彭玘领兵出南门迎敌。填报。当日汾阳城外东西北三面旗帆蔽日，金鼓震天，同时厮杀。不说卢俊义、乔道清两路厮杀，且说神驹子马灵领兵摇旗擂鼓，辱骂诺战。只见城门开处放下吊桥，南军将左拥出城来。 将军马一字排开，如长蛇之阵。马陵纵马挺戟，大喝道：“你这火鸟败汉，可速还俺们的城池！若稍延哀，教你片甲不留！”欧鹏、邓飞两马并出，大喝道：“你的死期到了！”欧鹏拈铁枪，邓飞舞铁链，二人拍马直抢马铃马铃挺戟来迎，三将斗到石河之上。 马灵手取金砖，正欲往欧鹏打来，此时公孙胜已是骤马上前，仗剑作法。那时马灵手起，这边公孙胜把剑一指，猛地霹雳也似一声响亮，只见红光照满，公孙胜满,满剑都是火焰，马灵金砖堕地，就地一滚，及时消灭。公孙胜真个法术通灵，转眼间南镇将士、军卒、器械。 浑身都是火焰，抱一个长蛇阵变的火龙相似。马陵金砖法被公孙胜神火克了。公孙胜把竹委招动，军马首尾合杀拢来，北军大败亏输，杀得星落云散，七断八续，军士三亭内折了二亭。马陵战败逃生，幸得会使神行法，脚踏风火二轮，往东飞去。 南镇里神行太保戴宗已是拴缚停当甲马，也做起神行法，手挺坡刀赶将上去。顷刻间，马灵已去了二十余里，戴宗只行的十六七里，看看望不见马灵了。前面马灵正在飞行，却撞着一个胖大和尚，避面抢来，把马灵一禅杖打翻，顺手牵羊，早把马灵擒住。那和尚正在盘问马灵。 戴宗早已赶到，只见和尚擒住马灵。戴宗上前看那和尚时，却是花和尚鲁智深。戴宗惊问道：“无师如何到这里？”鲁智深道：“这里是什么所在？”戴宗道：“此处是汾阳府城东郭。这个是北将马灵，是被公孙逸清在镇上破了妖法，小弟追赶上来。” 那私行的快，却被吴氏擒住，真个从天而降。鲁智深笑道：“洒家虽不是天上下来，也在地上出来。”当下二人负了马铃，三人脚踏实地，竟望汾阳府来。戴宗在问鲁智深来历，鲁智深一头走，一头说道：“前日田虎差一个鸟婆到襄垣城外厮杀，他也会飞石子。” 便将许多头领打伤，洒家在镇上杀入去，正要拿那鸟婆娘，不提防帽草丛中藏着一穴。洒家双脚落空，只一跤颠下穴去，半晌方到穴底，幸得不曾跌伤。洒家看穴中时，旁边又有一穴透出亮光来，洒家直走进去观看，却是奇怪，一般有天有日，亦有村庄房舍，其中人民。 也是在那里茫茫的营干，见了洒家，都只是笑。洒家也不去问，也只顾抢入去。过了人烟凑集的所在，前面静悄悄的旷野，无人居住。洒家行了多时，只见一个草庵，听得庵中木鱼咯,咯咯的响。洒家走进去看时，与洒家一般的一个和尚，盘膝坐地念经。洒家问他的出路，那和尚答道。 来从来处来，去从去处去。洒家不省那两句话，焦躁起来。那和尚笑道：“你知道这个所在吗？”洒家道：“那里知道嫩斑鸟所在？”那和尚又笑道：“上至飞飞想，下至无间的三千大千世界广远，人莫能知。又道：凡人皆有心，有心必有念，地狱天堂皆生于念。是故三界唯心。” 万法唯识，一念不生，则六道俱消，轮回思觉。洒家听他这段话说的明白，望那和尚唱了个大诺。那和尚大笑道：“你一入园铲井难出玉迷天。我只是你的去路。”那和尚便领洒家出安，才走的三五步，便对洒家说道：“从此分手，日后再会。”用手向前指道：“你前去可的神居。”洒家回头。 不见了那和尚，眼前忽的一亮，又是一般警戒，却遇着这个人。洒家见他走的蹊跷，被洒家一禅杖打翻，却不知为何已到这里。此处节气又与昭德府那边不同，桃李只有嫩般大叶，却无半朵花蕊。戴宗笑道：“如今已是三月下旬，桃李多落尽了。”鲁智深不肯信，争让道。 如今正是二月下旬，事才落井，只停的一会儿，却怎么便是三月下旬？戴宗听说，十分惊异。二人押着马陵，一径来到汾阳城。此时公孙胜已是杀退北军，收兵入城。卢俊义、秦明、宣赞、赤思文、韩涛、彭起杀了索贤、党世龙、灵光三将，直追田彪。 断人至十里外，杀散北军。田彪同段仁、陈轩、苗成领败残兵往北去了。卢俊义收兵回城，又遇乔道清破了武能、徐锦同陈达、杨春、李忠、周通领兵追赶到来，被南军两路合杀，北兵大败，死者甚重。武能被杨春一大杆刀砍下马来。 徐锦被郝思文刺死，夺获马匹、一甲、金鼓、安陪无数。卢俊义与乔道清合兵一处，奏凯进城。卢俊义刚到府治，只见鲁智深、戴宗将马灵借来。卢俊义大喜，忙问鲁智深为何到此。宋哥哥与乌迪纳斯厮杀，胜败如何？ 鲁智深再将前面堕井及宋江与乌黎交战的事细数一遍，卢俊义以下诸将惊讶不已。当下，卢俊义亲视马陵之父。马陵在路上已听了鲁智深这段话，又见卢俊义如此义气，拜服愿降。卢俊义赏劳三军将士。次日，晋宁府守城江所已有新官交代，都到汾阳听用。 卢俊义叫戴宗、马灵往宋先锋处报捷，即日与副军师朱武计议征进，不提。且说马灵传授戴宗日行千里之法，二人一日便到宋先锋军前，入寨参见，备戏报捷。宋江听了鲁智深这段话，惊讶喜悦，亲自到陈安府处参见报捷，不在话下。再说田豹同段人。 陈轩、苗城统领败残军卒，急急如丧失家之狗，茫茫似漏网之鱼。到威胜见田虎，哭诉那丧尸失失地之事。又有伪书密院官急入内起奏道：“大王，两日流星报马，将雨书雪片也四报来，说统军大将马陵已被擒拿，关胜、呼延灼兵马以为于射县卢俊义等兵马。” 已破介休县城池，独有襄垣县乌国旧处，屡有结因，宋兵不敢正视。田虎闻报大惊，手足无措。文武多官计议，欲北降金人，当有伟右丞相太师卞祥，赤退多官，其奏道：宋兵纵有三路，我这威胜万山环列，粮草足之二年，御林卫驾等精兵二十余万。 东有五乡，西有沁源二县，各有精兵五万；后有太原县、祁县、临县、大谷县，城池坚固，粮草充足，尚可战守。古语有云：“宁为鸡口，无为牛后。”田虎踌躇未答，又报总管叶青到来。田虎急令召见，叶青拜舞毕，称说：“郡主郡马屡次斩获。” 兵威大振，兵马直抵昭德府，正要围城，因吴国就偶患风寒，不能管设兵马。齐大王天差良将精兵协助郡主郡马恢复昭德府。当有伪都督范全起奏道：“臣闻郡主郡马甚是骁勇，宋兵不敢正视。若得大王御驾亲征，又有雄兵猛将助他，必成中兴大功。” 臣愿助太子监国。田虎准奏。原来范全之女有倾国之姿，范全献与田虎，田虎十分宠幸，因此范全说的无有不从。今日范全受了叶青重禄，又见宋兵势大，他便乘机卖国。当下田虎拨付便祥将,将左十元精兵三万，前往迎敌卢俊义。 花荣等兵马，又令韦太尉房学度也统领江左十员精兵三万，往余社迎敌。关胜等兵马，田虎亲自统领韦尚书李天熙、郑之瑞、枢密薛史、林欣、都督胡英、唐昌吉殿帅、玉林护驾教头、团练使、指挥使、将军、校尉等众，挑选精兵十万，择日祭其兴师，杀牛宰马。 犒赏三军，再传令旨，交兄弟田豹、田彪同都督范权等及文武多官辅太子田定监国。叶青得了这个消息，密查心腹，星夜驰至襄垣城中，报知张青、琼英。张青令谢珍、谢宝将绳索悬挂出城，星夜往报送先锋之会去了。 却说，卞祥伺候兵符，挑选军马，盘桓了三日，方才统领樊玉明、于德元、傅祥、顾凯、寇琛、管衍、冯毅、吕震、吉文炳、安世龙等偏崖各向江左，军马三万，出了威胜州东门，军分两队，前队是樊玉明、于德元、冯毅、顾凯，领兵马五千，刚到沁源县。 地名绵山，山坡下一座大林。前军却好抹过林子，只听得一棒锣声响处，林子背后山坡脚边撞出一标军来，却是宋公明得了张清消息，密查花荣、董平、林冲、史进、杜兴、穆弘领精勇骑兵五千，人披软战，马摘栾铃，星夜疾驰到此。军中一将骤马当先。 两手两杆钢枪，此将乃是宋军中第一个贯冲头阵的双枪将董平。大喝道：“来的是那里兵马？不早早受缚，更待何时？”樊玉明大骂：“水洼草寇，何故亲夺俺这里城池？”董平大怒，喝道：“天兵到此，勿是抗拒！”拍马挺双枪，直抢樊玉明。 那边樊玉明纵马拈枪来迎，二将斗到二十余合，樊玉明力怯，遮架不住，被董平一枪刺中咽喉，翻身落马。那边冯毅大怒，挺条魂铁枪，飞马直抢董平。那边小李广花荣骤马接住厮杀，二将斗到十合之上，花荣拨马望本阵便走，冯毅纵马赶来。 却被花荣带住花枪，拈弓搭箭，扯得那弓满满的，扭转身躯去定冯毅较亲，只一箭正中冯毅面门，头盔倒着，两脚蹬空，扑通的撞下马来。花荣拨转马，再一枪，结果了性命。董平、林冲、史进、穆弘、杜兴招动兵马，一齐卷杀过来。顾恺被林冲硕翻。 于的元堕马，被人马践踏，身死。北兵大败亏输，五千军马杀死大半，其余四散逃窜。花荣等兵士夺了金鼓马匹，追杀北兵至五里外，却遇卞祥大兵到来。那卞祥是庄家出身，他两条臂膊有水牛般气力，武艺精熟，乃是贼中上将。当下两军相对，旗鼓相望。 两阵里画角齐鸣，驼鼓叠擂。北疆卞祥立马当先，头顶凤翅金盔，身挂鱼鳞银甲，九尺长短身材，三牙掩口姿须，面方肩阔，眉竖眼圆，胯匹冲波战马，提把开山大斧。左右两边排着富祥、管演寇琛吕震四个伪统制官，后面又有伪统军皮霞兵马防御。 团练等官参随在后，队伍军马十分百步的整齐。南镇里，九纹龙史进骤马出阵，大喝：“来将何人？快下马受缚，免无刀斧！”卞祥呵呵大笑道：“瓶罐也有两个耳朵，你须曾闻得我卞祥的名字吗？”史进喝道：“助逆匹夫，天兵到此，勿使抗拒。” 拍马舞三尖，两人八环刀，直抢便祥，便祥也抡大斧来迎，二马相交，两气并举，刀斧纵横，马蹄缭乱，斗到三十余合，不分胜败。这边花荣爱便祥武艺高强，却不肯放冷箭，只拍马挺枪上前助战。便祥力敌二将，又斗了三十余合，不分胜败。北镇中将士。 孔变享有失，即鸣金收兵。花荣、董平见天色已晚，又寡不敌众，也不追赶，亦收兵向南。两军自去十余里扎寨。是夜南风大作，浓云泼墨，夜半大雨震雷。此时田虎统领众多官员，将左军马已离了威胜城池百余里，天晚扎寨。 帐中自有随行军中内侍姬妾及范美人，在帐中欢宴。是夜也遇了大雨，自此淋雨一连五日不止。上面张盖的天玉盖都漏，下面又是水漉漉的。军士不好软吹窜立脚，脚弓软，剑灵脱，各营军马都在营中握手，不在话下。且说索超、徐宁、单廷、魏定国、汤隆、唐斌。 耿恭等将接的关胜、呼延灼、文仲荣、崔蛮陆兵及水军头领李俊等水军船只，众将计议，刘丹亭、魏定国镇守潞城，关胜等将水陆并进，传其同行，打破于射县，再刘索超、汤龙镇守城池。关胜等众乘胜长驱，势如破竹，又克了大谷县，杀了守城江佐。 其余牙将军兵降者无算，关胜安抚军民，赏劳将士，差人到宋先锋处报捷。次日，关胜等同时也遇了大雨，在城屯扎，不能前进。忽报卢先锋留下宣赞、郝思文、吕方、郭胜管领兵马镇守汾阳府，卢俊义等已克了介休、平遥两县，再留韩涛。 彭起镇守介休县，孔明、孔亮镇守平遥县，卢先锋统领众多江左军马，现为太原县城池，也因余阻不能攻打。恰好水军头领李俊在城，听了此报，忙对关胜说道：“卢先锋等今遇天玉连绵，流水大滞，使三军不得激流。倘贼人选死士出城冲击，奈何？” 小弟有一计，遇到卢先锋处商议。关胜一允，当下混江龙李俊即刻辞了关胜出城，叫童威、童猛统管水军船只，自己同了二张、三阮，带领水军二千，带力披蓑，冒雨冲锋，见到疾驰到卢俊义军前，入寨参见，不及寒温，即与卢俊义密语片赏。 卢俊义大喜，随即传令军士冒雨砍木作奸李俊等分头行事去了，不提。且说太原城中守城将士张雄、韦受殿帅之职，相中徐越、韦寿都统制之职。这三个人是贼中最好杀的，手下军卒个个凶残淫暴，城中百姓受暴虐不过，弃了家产，四散逃亡。 十亭中已去了七八亭，张雄等今被大兵围困，腹故不服。张雄与项忠、徐越计议：目今天雨，宋兵欲掠无所，水地不利，心除计寡，君无激流之心，急出击之，必获全胜。此时是四月上旬，张雄正欲分兵出四门冲击宋兵，忽听得四面锣声震响。 张雄忙上敌楼望城外时，只见宋军冒雨穿击，巨登高阜山冈。张雄正在惊疑，又听得智博渠边及东西三处喊声震天，如千军万马狂奔驰骤之声。霎时间，洪波怒涛飞至，却如秋中八月潮汹涌，天上黄河水泻清。真个是攻过智博城三板。 继胜淮阴杀几囊，毕竟不知这水势如何抵止，且听下回分解。第一百回，张青琼英双建功，陈宋江同奏捷。话说太原县城池被混江龙李俊成大雨后水势暴涨。同二章，三阮统领水军，约定时刻，分头掘引智伯渠及进水灌进太原城池。顷刻间。 水势汹涌，但见骤然飞急水，忽得起洪波。军卒乘木筏冲来，将士甲天皇飞至。神嚎鬼哭，昏昏日色无光，月撼山崩，浩浩波声若怒。成员尽倒，窝铺皆休。旗帜随波，不见青红交杂。兵戈鼓浪，南排霜雪征插。 僵尸如鱼鳖沉浮，嗜血与波涛并沸。须臾树木连根起，顷刻催提贴水飞。当时城中鼎沸，军民将士见水突至，都是水漉漉的爬墙上屋、攀木抱梁。老弱肥胖的只好上台上桌。转眼间，连桌凳也浮起来，房屋青皮都做了水中鱼鳖。城外李俊二章。 三阮乘着飞江，天福逼近城来，恰与城垣高下相等。军士攀援上城，各执利刃，砍杀守城士卒。又有军士乘木筏冲来，城垣被冲，无不倾倒。张雄正在城楼上叫苦不迭，被张衡、张顺从飞江上乘，手持坡刀，喊一声，抢上楼来。 一连砍翻了十余个军卒，众人乱窜逃生。张雄躲避不迭，被张衡一泼刀吹翻。张顺赶上前，蒙查一刀剁下头来。比及水势四散退去，城内军民沉溺的、压杀的已是无数。梁柱门扇、窗棂食物、尸骸顺流拥塞南城。城中只有避暑宫，乃是北齐神武帝所建。 机智高固，当下附近军民一起抢上去，挨挤践踏，死的也有二千余人。连那高富及城员上，一总所存军民仅千余人。城外百姓却得卢先锋密唤李保，传与居民，预先摆布锣声一响，及时都上高富。况城外四散空阔，水势去得快，因此城外百姓不至淹没。 当下，混江龙李俊领水军据了西门，船伙张衡同浪里白跳张顺夺了北门，立地太岁领小二短命二郎阮小五占了东门，活阎罗阮小七夺了南门，四门俱竖起宋军旗号。至晚水退，现出平地，李俊等大开城门，请卢先锋等军马入城。城中鸡犬不闻，尸海山鸡。 虽是张雄等恶贯满盈，李俊这条计策也忒惨毒了。那千余人四散的跪在泥水地上，插竹也似磕头起命。卢俊义查点这伙人中，只有十数个军卒，其余都是百姓。巷中，徐越爬在帅府后傍屋的大桂树上，见水退，溜降下来，被南军获助，借到卢先锋处。 卢俊义叫斩首示众，给发本县府库中银两赈济城内外被水百姓，差人往宋先锋处报捷。一面令军士埋葬尸骸，修筑城垣房屋，召民居住。不说卢俊义在太原县府随料理，再说太原未破时，田虎统领十万大军，因雨在铜峡山南屯扎。探马报来，吴国就病亡。 郡主、郡马即退军到湘潭，并连国舅田虎大惊，差人在襄垣城中传旨，差琼英在城中镇守。这全宇前来听用，并问为何差往襄垣，仁义都不来回奏。次日雨界，平明时分，流星探马飞报将来说，宋江差孙安、马灵领兵前来拒敌。田虎听报，大怒道：“孙安！” 马陵都受我高官厚禄，今日反叛，情理难容。待寡人亲自去问他。卿等努力，如有擒得二人者，千金赏，万户侯。当下田虎亲自驱兵向前，与宋兵相对。北军观看宋军旗号，原来是并御迟孙立、铁笛贤马林。北阵前金瓜密布，铁斧齐排，见戟成形。 旗帆作对，那九曲飞龙者黄伞下，玉佩金鞍，银鬃白马上坐着那个草头大王田虎，出到阵前亲自监战。南镇后，宋江统领吴用、孙新、顾大嫂、王英、扈三娘、孙立、朱仝、燕顺兵马又到，宋江也亲自督战。田虎闻说是宋江，方欲遣将出阵。 秦卓宋江，只听得飞马报道：关胜等连破榆社、大谷两个城池。西路卢俊义军马又打破平遥、介休两县，被他引水灌了太原城池，城中兵将不留一个。右丞相便降扎寨绵山，与花荣等相持，被卢俊义从太原领兵后面杀来，变成相当不得，两面夹攻，大败亏输。 便想被卢俊义活捉过阵去，卢俊义同关胜合兵一处，将沁源县围的铁桶相似。田虎听罢，大惊无措，忙传令旨，便交收军退保威胜城内。当下李天熙等压住阵脚，薛氏林欣、胡英、唐昌保护田虎先行。只听得同达山北炮声震响，被宋江密教鲁智深。 刘唐、鲍旭、项冲、李岩统领精勇步兵，超出铜山北，分两路杀奔前来。田虎急驱御林军马来战，忽被马陵、孙安领兵马从东产斜里杀来。马陵脚踏烽火二轮，将金砖往北军乱打；孙安挥双剑砍杀。二将领兵突入北镇，如入无人之境，把北军冲作两截。 北军虽有十万之众，被吴用筹划这三路兵马横冲直撞、纵横乱杀，北军大败，杀得星落云散、七断八续。当下，伪尚书李天锡等保护田虎往东冲杀逃奔，却被鲁智深等领着标枪、团牌、飞刀手冲开血路杀奔前来，又把李天锡、郑知瑞、薛史、林欣等军马冲散奔西。 田虎手下虽是御林军马，挑选那最精勇的，他们自来与官军斗敌，从未曾见有嫩般凶猛的。今日如何抵挡得住？当下田虎左右只有都督胡英、唐昌、总管叶青吉、金吾校尉等将领着五千败残军马拥护奔逃。正在危急，忽得又有一彪军马从东突至，田虎见了。 仰天大叹道：“天丧我也！”北军看那标军马中，当先一个郡旁年少将军，头戴青金泽，身穿绿战袍，手执梨花枪，作匹高透，雪白卷毛马，旗号上写的分明，乃是中兴平南先锋郡马全语。那时叶青紧随田虎，看了旗号，走至田虎，田虎传旨：“快教郡马救驾。” 那全郡马进前下马跪奏道：“大王，甲胄在身，不能俯伏，臣该万死。”田虎道：“赦卿无罪。”全郡马又奏道：“事在危急，奉请大王到襄垣城中全避敌锋，待陈同郡主杀退宋兵，再请大王到威胜大内，记忆良策，恢复基业。”田虎大喜，传下令旨。 即望襄垣进发，全军马在后面抵挡追赶的兵将。田虎等众已到襄垣城下，背后喊杀连天，追赶将来。襄垣城上守城将士看见，连忙开城门放吊桥。胡英引兵在前，军士听见后面赶来，一拥抢进城去，也顾不得什么大王。胡英刚进的城门，猛听得一声梆子响。 两边伏兵齐发，将胡英及三千余人都赶入陷坑中去。被军士把长枪乱射，可怜三千余人不留半个。城中大叫：“田虎要活的！”田虎见城中变起，方知计，急，勒马往北奔走。张青、叶青拍赶马来，田虎那匹好马行得快，张青、叶青领军士追赶不上，已离了一箭之地。 只见田虎马前忽得起阵旋风，风中现出一个女子，大叫道：“奸贼田虎，我仇家夫妇都被汝害了！今日走到那里去？”就女子身旁又起一阵阴风，望田虎劈面滚来。那女子既然不见，田虎坐下马，忽然惊月嘶鸣，田虎落马堕地，被张青、叶青赶上，跳下马来。 同军士一拥上前擒住，唐昌领众挺枪骤马来救。张青见唐昌抢来，急忙上马，拈一石子飞来，正中唐昌面门，撞下马去。张青大叫道：“我不是什么全羽，乃是天朝宋先锋部下没遇见张青。”那时李逵、武松领五百步兵从城内抢出来，二人大吼一声，把那殿帅将军。 尽无校尉等二千余人，杀得星落云散。张清刺杀了唐昌，负了田虎，簇拥入城，闭了城门。待送先锋杀退北兵，方可解去。鲁智深追赶到来，见田虎已捉入城去。鲁智深等复向西杀到铜峡山侧。此时已是有排时分，宋江等三路军马与北兵鏖战一日。 杀死军士二万余人，北军无主，四面八方乱窜逃生。范美人及姬妾等相都被乱兵所杀。李天熙、郑之瑞、薛史、林心领三万余人上同峡山聚住。宋江领兵四面围困。鲁智深来报，田虎已被张清擒捉。宋江以守嘉额，忙传将令。 拆军星夜疾驰到襄园，教武松等坚壁城门，看守田虎；叫张青领兵速到威胜，策应琼英等。原来琼英已奉吴军师密计，同谢珍、谢宝、乐和、段景柱、王定六、玉宝四、蔡福、蔡庆带领五千军马，进着北军旗号，伏于武乡县城外石盘山侧。 琼英等探知田虎与我兵厮杀，琼英领众人星夜疾驰到威胜城下。是日天晚，已是暮霞连彩，新月垂钩。琼英在城下应声交传，叫道：“我乃郡主，保护大王到此，快开城门！”当下守城军卒飞报王宫内里。田豹、田彪闻报，上马疾驰到南城，忙上城楼观看。 果见者黄伞下，那匹雕鞍银鬃白马上坐着大王，马前一个女将骑上大叔郡主琼英，后面有尚书都督等官远远跟随。只见琼英高声叫道：“胡都督等与宋兵战败，我特保护大王到此，教官员速出城接驾。”田豹等见是田虎，急令开了城门，出城迎接。二人才到马前。 只听马上的大王大喝道：“五十余寡人拿下二贼！”军士一拥上前，将二人擒住。田豹、田彪大叫：“我二人无罪！”即要挣扎时，已被军士将绳索绑缚了。原来这个田虎乃是吴用骄孙安检责南军中与田虎一般面貌的一个军卒，依着田虎装束。后面尚书都督却是谢真。 谢宝等数人假扮的，当下众人各撤出兵器。王定六、玉宝四、蔡福、蔡庆领五百余人，将田豹、田彪连夜借往襄垣去了。城上见捉了田豹、田彪，又见将二人押解向南，情知有诈，急出城来抢时，却被琼英要杀田定，不顾性命，同谢真、谢宝一拥抢入城来。 守门将士上前来斗敌，被琼英飞石子打去，一连伤了六七个人。谢珍、谢宝帮助琼英厮杀。城外乐和、段景柱急叫军士卸下北军打扮，个个是南军号衣，一起抢入城来，夺了南门。乐和、段景柱挺坡刀领军上城，杀散军士，起宋军旗号。城中一时鼎沸起来。 尚有许多伪文武官员及王亲国戚等众，即引兵来厮杀。琼英这四千余人深入巢穴，如何抵敌？却得张青领八千余人到来，驱兵入城。见琼英、谢珍、谢宝与北兵正在鏖战，张青上前飞矢，连打四员北将，杀退北军。张青对琼英道。 不该深入重地，又且众寡不敌。琼英道：“欲报复仇，虽粉骨碎身，亦所不辞。”张青道：“田虎已被擒捉在襄垣了。”琼英方才喜欢，正欲引兵出城，也是天艳贼众之恶，又得卢俊义打破沁园城池，统领大兵到来，见了南门旗号，急驱兵马入城。 与张清合兵一处，赶杀北军。秦明、杨志、杜迁、宋万领兵夺了东门；欧鹏、邓飞、雷衡杨林夺了西门；黄信、陈达、杨春、周通领兵夺了北门。杨雄、石秀、焦挺、穆春、郑天寿、邹渊、邹润领步兵，大刀阔斧，从王宫前面砍杀入去。 公望、丁德孙、李忠、石勇、陶宗望领步兵从后宰门砍杀入去，杀死王宫内院嫔妃、姬妾、内侍人等无算。田定闻变，自刎身死。张青、琼英、张青、孙二娘、唐斌、文仲荣、崔满、耿恭、曹正、薛勇、李贵、朱富、石谦、白胜。 分头去杀韦尚书、韦殿帅、韦枢密以下等众及韦峰的王清国妻等贼徒。正是，金阶殿下人头滚，玉砌朝门热血喷。莫道不分玉与时，魏庆为殃心自门。当下宋兵在威胜城中杀得尸横市井，血满沟渠。卢俊义传令，不得杀害百姓。 连忙差人先往宋先锋处报捷。当夜宋兵直闹至五更方息，军将降者甚多。天明，卢俊义祭奠江左，除神机军师朱武在沁园城中镇守外，其余江左都无伤损，只有降将耿恭被人马践踏身死。众将都来献功，交挺将田定死尸驮来。 琼英咬牙切齿，拔佩刀割了首级，把他尸骸肢解。此时屋里老婆倪氏已死，琼英寻了叶青妻子安氏，辞别卢俊义，同张青到襄园，将田虎等押解到宋先锋处。卢俊义正在料理军务，忽有探马报来说，北江防学度将索超、汤隆围困在榆社县。卢俊义急交关胜、秦明。 雷横、陈达、杨春、杨林、周通领兵去解救索超等。次日，宋江已破李天西等于铜匣山，一面差人申报陈安府说：“贼巢已破，贼首已擒，请安抚到威胜城中料理。”宋江统领大兵已到威胜城外，卢俊义等迎接入城。宋江出榜安抚百姓。 卢俊义将卞祥解来，宋江见卞祥状貌魁伟，亲视其父，以礼相待。卞祥见宋江如此义气，感激归降。次日，张清、琼英、叶青将田虎、田豹、田,田彪囚在县车，借送到来。琼英同了张青，双双的拜见伯伯宋先锋。琼英拜谢王英等昔日冒犯之罪。 宋江叫将田虎等监在一边，带大军班师，一同借送东京献俘。即交置酒与张青、琼英庆贺。当日有威胜署县五乡守城将士方顺等，将军民户口册及仓库钱粮前来献纳。宋江赏劳币，仍令方顺依旧镇守。宋江在威胜城一连过了两日，探马报道。 说关胜等到余社县，同索超、汤将内外夹攻，杀了北江房学度，北军死者五千余人，其余军士都降。宋江大喜，对众将道：“都赖众兄弟之力，得成平寇之功。”即细细标写众将功劳，及张清、琼英擒贼首、倒贼巢的大功。又过三四日，关胜兵马方到。 又报陈安府兵马也到了，宋江统领江左出郭迎接入城，参见已毕。陈安府称赞道：“将军等五月之内成不世之功。”下官一闻擒捉贼首，先将表文差人马上持往京师奏凯，朝廷必当重逢官爵。宋江再拜称谢。次日，琼英来禀。 欲往太原石室山寻觅母亲尸骸埋葬，宋江即命张清、叶青同去。不提宋江禀过陈安府，将田虎殿院宇、朱宣翠屋进行烧毁。又与陈安府记议，发苍岭赈济各处遭兵被火居民，修书身呈诉太尉，写表身走朝廷，插代宗即日起行。 戴宗、情急表文书札赶上陈安府差的急奏官，一同入进东京，先到宿太尉府前，一先寻了杨虞，后将书呈递。宿太尉大喜，明日早朝，并陈安府表文一同上达天听。道君皇帝龙颜喜悦，赤宋江等料理后代，班师回京，封官受爵。戴宗得了这个消息。 即日拜辞宿太尉，离了东京。明日未牌时分，便到威胜城中，报知陈安府宋先锋、陈金、宋江一面交把生擒到贼徒伪官等众，除留田虎、田豹、田彪另行解赴东京，其余从贼都就威胜市曹斩首施行。所有未收去处，乃是晋宁所属仆界等州县。 贼已赃官，得知田虎已被擒获，一半逃散，一半自行投首。陈安府进阶准守，复为良民。就行出榜各处招抚，以安百姓。其余随从贼徒不伤人者，亦准其自首投降，复为乡民，给还产业田园。克复州县已了，各调守御官军，护境安民，不在话下。 再说道君皇帝已降诏敕，差官机领到河北遇陈金等。次日临幸武学，百官先集，蔡京于坐上谈兵，众皆拱听。内中却有一官仰着面孔，看是乌脚，不去踩他。蔡京大怒，连忙查问那官员姓名，正是一人项羽，满座不乐，只因蔡京查这个官员姓名。 直叫天罡地煞临枕易猛将雄兵定除影。毕竟蔡京查问那官员是谁，且听下回分解。